使团的到来，你终于肯来见我了。阿古达看着面前一身蝙蝠的乌金麦，却是冷哼一声道：“眼睛中也似乎要喷出怒火。”他身体残缺，注定一生无子，所以他对乌金麦这个弟弟也是信任之极。日后这个皇位，迟早都是他的。可是他却万万没想到，乌金麦竟然连这个耐心都没有。 甚至不惜背叛自己夺取皇位。每当想到这时，他都感觉自己的心如同刀割。大哥，对不起。吴奇埋低下头对阿古达道：“虽然夺位成功，但他对阿古达的愧疚十分强烈，这也是他不敢来见对方的主要原因。”告诉我，为什么？ 我需要一个理由。阿古达再次怒火万丈的道：“这些天他一直在想着乌齐麦篡位的原因，若仅仅是因为野心的原因，他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可是他思来想去，却还是想不明白乌齐麦为什么会忽然背叛他。”大哥，说我说做这些。 全都是为了大金，你肯定不信，但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咱们大金能够摆脱现在的局势。吴奇麦这时终于抬起头，用一种真诚的目光看着阿古达，为了大金，你什么意思？ 若是别人这么说，阿古达肯定不信。不过他了解乌齐脉知道这时他应该不会再说谎。只是他却想不明白，这和大金江山设计有什么关系？大哥，自从咱们立国之后，就一直被大宋死死的封锁这三面边疆。除了北方之外，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更别说咱们需要的商品了。国内的食盐、布匹、粮食等等，全都处于一种紧缺的态度。 为了维持国内的情况，咱们不得不实行军管。另外，为了防止宋军进攻，咱们还要顶着各种压力不断的扩军，这也导致国内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些情况我比你清楚，用不着你再复述一遍。吴奇迈的话没说完，就被阿郭子打断道。 身为金国皇帝，正是他一手造成现在的局面，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不扩军的话，恐怕大宋早就打过来了。虽然被打断了话，不过乌庆迈并没有生气，而是心平气和的道：“既然大哥知道国内的情况，那我也就不多说了。另外，大哥你肯定也知道，咱们大金的这种情况很不正常。” 短时间内还可以坚持，但是等到时间一长，国内肯定会陷于崩溃之中。而想要解决这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宋解除对咱们的封锁。可是大宋实力强大，咱们肯定打不过。那么对于咱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和。 吴奇迈说到最后，神情也变得有些激动。而当他说出“求和”两个字的时候，阿古塔终于明白过来，当下目光凶狠的盯着吴奇迈，一字一顿的道：“你是想把我交给大宋，以此来换取求和的可能？”不错。 既然把话都说开了，吴奇买这时好像也是豁出去了。只见他这时直盯着阿姑大的眼睛，大声道：“咱们大清与大宋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冲突，唯一的矛盾就是当年赵岩杀死咱们的父亲等人。不过对于郭玉国来说，这些私仇根本不算什么。但是除此之外，大哥你却因此变得身体残缺，这也使得你对大宋无比仇恨，而大宋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只要你做皇帝，咱们与大宋就永远不可能有和解的那一天。<laughs> 我的好弟弟，你太天真了。不错，我对大宋的确恨之入骨，但是你不要忘了。 大宋还有一个人，同样对咱们大金恨之入骨。只要有那个人在，哪怕你把我送到大宋千刀万剐，也绝不可能让大宋放过大金一马。听到乌齐买这些话，阿古达却忽然仰天大笑起来，好像乌齐买的话十分可笑一般。最后，甚至连眼泪都笑出来了。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止住笑声，然后盯着乌金买缓缓的道：“我知道赵岩对咱们大击十分仇视，但是大哥，你可能忘了，赵岩只是亲王，而不是大宋的皇帝。现在大宋皇帝是赵旭，而且赵旭已经成年亲政，并且逐渐开始疏远赵岩。这些年，大宋明明有很多机会攻打咱们，可是却偏偏没有动手。” 这就证明赵岩对大宋的影响力在减弱，甚至听说他已经不再理会朝政。这些我都已经找人打听清楚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和耶律奴章才觉得双方有和解的可能。乌鸡买这时丝毫不让他大声道：“赵岩失势了，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 阿古打听到这，却是一愣，因为大宋的封锁，他对大宋那边的消息的确知道的不多。耶律奴章亲口告诉我的，而且种种迹象也可以推断出来，所以这件事情肯定不会有错。又是耶律奴章，若是我猜的不错的话，恐怕也是他蛊惑你造反的吧。 阿姑、啊、打听到这，却是冷哼一声道：“这时他已经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如此的话，当初在灭掉辽国之后，就应该直接把耶律奴章处理掉。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今天来见大哥，只是想和您告个别。三天之后，我就会安排人将您送到大宋去。” 吴清白这时面色如常的道：“这时的他已经完全把心中的愧疚放下，反正他已经对不起阿胡达一次，那也不在乎再多一次。<laughs> ”原来如此、啊，难怪你今天会忽然来看我。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大宋那边的情况绝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算你把我送到大宋。 恐怕也不会取得大宋的谅解。阿古打听到这悲怆的长啸一声，道：“刚才见到乌七买对自己还有些愧疚时，他感觉还好受一些。可是现在对方连最后一点愧疚也没有了，这让他再次体会到心如刀绞的感觉。”不劳大哥费心了，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好。大金在我的带领下。 肯定会更加的强盛，说不定日后还有反攻大宋的一天。到时我绝不会忘记大哥您的功劳的。乌奇麦说完之后转身离开，这时他们兄弟之间也算是彻底的恩断义绝了。殿下，晋国那边传来消息，乌奇麦已经控制了国内的局势，而且正准备要把阿古打送来。 随行的还有金国的使团，看样子他们是真的打算向咱们求和了。赵岩也是前几天刚刚来到林皇府，主要是为了亲自处理金国这边的问题。他之前已经与赵旭商量好，打算趁着这次机会彻底的解决金国。 消除北疆所有的隐患，同时减轻大宋的军事压力。毕竟这些年为了封锁金国，大宋也需要在这里驻扎重兵。虽然大宋国力强盛，但总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求和，他们未免有些太天真了。光是这几年为了封锁金国，咱们大宋就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若是这时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那之前投入岂不是都白费了吗？ 只见赵岩这时却是冷笑一声道：“光是从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来看，大宋就不可能放过金国。”殿下说的极是，我手下这些将士们每天憋着一股劲儿，没命的操练，为的就是在灭金一战中捞到足够的功劳。若是两国真的议和了，那我手下这帮将士恐怕就要骂娘了。 杨怀玉听到赵岩的话，也同样笑道：“他之前也早就接到赵岩的信，知道朝廷根本没有议和的打算，这也让他总算放下心来。毕竟随着大宋的扩张，海军倒是经常打仗，但是陆军能够捞到军功的地方越来越少，在他们眼中，金国就是一块美味的大蛋糕，自然也都不愿意轻易松口。<laughs> 那你手下那些兄弟，做好准备吧，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对金国发动总攻，倒是少不了他们的功劳。” 赵岩听到这不禁笑道：“现在军中将士绝大部分都出自军校，严格的来说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自然不会让自己学生失望。”那可太好了！兄弟们为这一天都等了好久，得到了赵岩的保证，杨怀玉不禁一拍大腿，高兴的道：“武将到了他这个份上，军功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不过他手下弟兄却还需要军功晋升。以前每年他都要向朝廷上书请求攻打晋国。” 可惜朝廷却一时不松口，这次总算要打起来了。聊了几句正事之后，两人又开始聊了些家事。赵家娶了杨怀玉的女儿杨嫣，所以赵嫣与杨怀玉也是儿女亲家。因此聊的内容，就算转到赵家和杨嫣身上。说起来，当初赵家离开时，杨嫣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后来孩子出生，赵家还在赶往欧洲的路上，根本没有接到消息。 只是很可惜的是，这个被杨家赋予了厚望的孩子却是个女孩。虽然赵岩很喜欢这个长孙女，但是女人毕竟不能继承爵位，再加上赵家又带着阿格尼斯一去就是几年，因此杨家对此也十分着急。殿下，燕儿与佳儿也不能总是分居两地，您看什么时候佳儿才会从欧洲回来？杨怀玉这时开口询问道。 一方面他是想让女儿早点生个男孩，这样才能更加稳固他在越王府的位置；另一方面他是心疼女儿，毕竟她年轻轻就与丈夫分居两地，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听到杨怀玉问起赵家的归期，赵岩考虑一下，这才开口道：“欧洲那边虽然大局已定，但后期需要处理的事物也很多。本来燕儿曾经提出过要去欧洲陪家儿，不过王妃担心孩子太小。” 所以没有答应。可是，杨怀玉听到这不禁有些着急，刚想说些什么，不过却被赵岩笑着打断。不过你不必担心，佳儿和燕儿感情很好，每次有船队从欧洲回来，都会给燕儿带来很多的信。另外，我打算把经过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亲自去一趟欧洲，到时呢，就会让佳儿他们回来陪燕儿。 日后等孩子大了，你们也可以一起去欧洲。听到赵岩的这些安排，杨怀玉终于放下心来，当下微笑着开口道：“等到金国这边的事情完结之后，我恐怕也要闲置一段时间。若是有机会，殿下去欧洲时，不妨也把我带去。到时我也要亲眼看一看外界的疯狂。说起来，这些年我还没有出过海，以前老是听说海外风景如何与中原不同，但却从来没有见过。” 自从当年杨怀玉执掌河北军之后，就一连立下无数的功劳，特别是灭掉辽国，更是立下了首功。这种功劳已经超过他父亲杨文广。虽然大宋重文轻武的传统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像杨怀玉这种功劳太大的将领，还是需要受到一些压制。只是因为金国崛起的原因，所以杨怀玉才能依然待在军中。不过，等到金国灭亡之后，他肯定要被闲置的。除非有什么国战发生，他才有可能被重新启用；否则，只能安心的养老，或者在某些军事方面给朝廷提供一些建议。<laughs> 怀玉兄，要是想去欧洲，那可太好了。 说起来，咱们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也是时候享一享清福了。赵岩听到这也是大笑，想当初他与杨怀玉相识的时候，对方还是个落魄的将门之后，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对方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将，这些事情光是想一想就让人有些感慨。几天之后。 金国的使团终于来到林黄府城外，不过赵岩却并没有出面，因为乌启买是被耶律独商欺骗之后，以为他已经失势，所以才有了求和的念头。若是这时他突然出现在这里，恐怕会让乌启买立刻明白其中有诈。所以赵岩这次来临黄府的行程也处于保密，在事情完结之前，他只会暗中指挥，而不是出面。 对于金国使团到来，按照赵岩在背后的操控，大宋这边的表现十分热情，不但由杨怀玉亲自前去迎接，而且还有大宋朝廷前来谈判的大臣，这也让金国使团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同时，对于这次求和的事情更加有信心，甚至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阿骨打送到大宋手中，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诚意。这也让赵岩大喜过望，心中琢磨着是,是不是先要去见一见阿骨打。 阿古塔坐在囚车里，目光平静的看着城门周围的百姓。不过相比之下，那些百姓却显得十分愤怒，不少人指着他破口大骂，甚至还有人拿着烂菜叶子、臭鸡蛋、石头之类的东西向他这边扔来。因为这里以前是辽国的上京城，当初他率兵攻破这里之后，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导致城中没有逃出的百姓几乎死绝。 现在城中的百姓大都是以前辽国的子民，因此对于阿骨打这个屠夫，他们也是十分的痛恨。对于周围那些百姓的痛骂，阿骨打是充耳不闻，甚至对面那些扔过来的杂物，他都懒得躲避。哪怕被石头砸中额头，他也是动也不动，任由流出的鲜血染红了眼睛。后来，还是看守的士卒怕他被百姓砸死，这才在囚车周围竖起了盾牌。 但就算是这样，依然有不少人不屈不挠的向囚车扔东西。一直等到囚车进到府衙之后，周围的百姓才缓缓的推开。阿古达身为朝廷要犯，暂时被关押在府衙大牢之中。为了防止有人劫狱，整个大牢已经被军队里里,里外外守得严严实实，甚至牢房里其他囚犯都被集中到一起关押，剩下的区域只关押了阿古达一个人，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自从那天见过乌气买后、啊，阿古达似乎已经认命了，而且他也知道，只要落到大宋手中，他就绝不可能再逃走。所以在进到牢房之后，他把一切都分开了，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看守也不敢怠慢他，所以对他一些要求也是尽量满足。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赵岩来到牢房时，却看到阿古达坐在一个干净的牢房里，面前摆放着一盘烤肉，旁边还有一壶好酒，一口肉，一口酒。 看起来好不惬意。看到阿古达竟没有丝毫被囚禁的样子，甚至小日子好像比自己过得还舒服，赵岩也不禁有些生气。不过，当走近时，看到阿古达进城，脸上被砸出的伤口还没有好，而且阿古达身为金国皇帝，沦落到阶下囚，再加上他好像也活不了多久，这么一想，立刻让赵岩心中平衡了。 当下，赵岩迈步来到阿古达牢房外，然后挥退了其他人，身边只剩下几个心腹护卫，这才开口道：“阿古达，故人来访，不知你可还认得本王？”正在大吃大喝的阿古达忽然听到牢房外的声音，当下忽然回头，立刻看到一脸微笑的赵岩站在牢外。 相比多年前的翩翩少年，现在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额下也留着三缕长须。不过，当阿古打看到他的时候，还是第一眼就认了出来。赵岩，你竟然在这里！嗯、阿古打看见赵岩，先是一惊，紧接着脸上也露出了愤怒至极的表情，因为他之所以变成太监，全都是拜赵岩所赐。 所以他对赵岩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眼就能够认出赵岩的原因。看到阿古达那副仇恨之极的表情，赵岩却是淡然一笑，然后再次上前走了几步，道：“阿古达，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是个拿人头做玩具的小孩子，却没想到咱们再次见面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阿古大眼睛血红的盯着牢房外一脸微笑的赵岩，极度的愤怒与仇恨让他几乎要失去理智，甚至恨不得狠狠的上去咬赵岩一口。可惜他和赵岩之间却隔着一道铁栅栏，就算他扑上去，也只能撞得头破血流，根本伤不到赵岩分毫。<laughs> 我知道你恨我，其实我也很不喜欢你，更不喜欢你的那个弟弟。 本来你们若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山里，做个小部落的头领，我也不会耗费那么多心思对付你们。可惜你们却偏偏走出了山林，而且还拥有了强大的实力，这就让我不得不重视你们了。赵岩这时再次笑呵呵的开口道：“正是阿古打和乌齐买才导致后世历史上的靖康之耻。虽然当时阿古打已经死了，但他却为金国入侵大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赵岩连他也一并恨上了。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 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 有，Yo, 懒人听书优质书品。有，这是什么狗屁逻辑？难道这世上只准你们大宋强大？其他势力若是强大起来，那就是你们大宋的敌人。阿姑达这时终于将自己暴怒的情绪强压了下去，然后开口讽刺道。 除了用语言反驳赵岩的话外，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伤害到赵岩的办法。你说对了，这就是我们大宋的逻辑。这个世界上绝不允许存在能够威胁到我大宋的势力，西夏如此，辽国如此，日后你们金国也同样会被我们灭掉。到时，我一定会让你们兄弟相见的。 赵岩这时却是赤裸裸的道：“他的话放在后世绝对属于霸权主义，不过在大宋这个年代，本来就是群雄争霸的局面，西夏和辽国都已经输了，只要再灭掉金国，大宋将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霸主。”听到赵岩的这些话，阿古打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的感觉。不过赵岩的话却提醒了他，当下只见他脸色阴沉的道：“我知道了。” 你们大宋根本没有与我们经过议和的打算，该死的乌鸡脉肯定是上了你们的当，是不是这样？阿、啊、孤打说到最后的时候，几乎是大声吼出来。其实刚才他刚刚见到赵岩时，就已经想到这肯定是大宋的一个圈套，否则赵岩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里。可惜刚才他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直到这时才反应过来。 不错，告诉你也无所谓。耶律奴章已经是我们大宋的人了，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由我们大宋在背后安排的，包括他向乌齐迈建议将你送到大宋，以此来换取求和的机会。可惜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要金国一天不灭，我大宋就一天不会退兵。不过这个机会很快就要到来，只有耶律奴章这个内应在，我们有的是机会出兵灭掉金国。 赵岩十分坦然的开口道：“对于阿古打这个人，抛开所有恩怨来看，他还是十分佩服对方的。毕竟不是谁都能在大宋的压制下还能建立起一个国家。好好狠，怪不得你们大宋越来越强大。原来你们宋人为达到目的，竟然如此的不择手段。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老天是不会让你们大宋永远强盛下去的。” 总有一天，你们也会遇到更加强大的国家，到时就是你们宋人的末日了。阿、啊、古打这时发出恶毒的诅咒道：“本来他已经认命了，甚至觉得若是以自己是死，能够为金国换来一线生机的话，也算是死得其所。可是现在赵岩却再一次打破了他的希望，他没有当场发疯，已经算是神经坚韧了。那你可要失望了。” 我们大宋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远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比如，在你们看来，这个世界无边无际，脚下有广阔土地，东边有无际大海。可是，对于我们宋人来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小的。整个世界一共有七大块陆地，咱们所处的就是其中最大一块，而且也是人类最繁荣的一块土地。现在，我们大宋统治了这里，那么这个世界上。 再也不会有比大宋更加强大的国家，所以你的愿望是注定无法实现的。赵岩再次微笑着开口道：“双方的文明程度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所以他在面对阿古打时有着绝对的心理优势。” 自从立国称帝之后，阿骨打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和大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两国的国力肯定有些差别，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可是直到现在，他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臆想。仅仅从赵岩的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就让他有种井底之蛙的感觉，甚至有些东西他根本就听不懂，自然更加无法反驳。 这让性格坚毅的阿古打也不禁生出一种挫败感。不过阿古打毕竟不是普通人，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只见他这时愤恨的瞪着赵岩道：“看来你们大宋已经铁了心要灭掉我大金，对此我也已经无能为力。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针对我们？难道就因为我父亲？” 他们曾经慢待过你。听到阿古打问自己针对他们完颜部的原因，而且还提到二十多年的事情，赵岩却是露出回忆的表情。片刻之后，这才开口道：“当年我和大哥挑起辽国的内乱，却不幸落到你们那里。” 说起来，你父亲和你大伯那些人，虽然对我没安什么好心，甚至只想用我换取一些你们需要的物资。不过，我毕竟在你们外颜部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虽然受了不少的刁难，连我一个护卫都差点死在你大伯手中。不过，总归来说，也算是受了些你们外颜部的恩惠，所以仅仅从这方面来看，我其实并没有要针对你们外颜部的理由。 那你又为何忽然杀死前去结盟的我的父亲他们，并且还炮轰路上的人，使得无数的人死在海滩上？我更是身受重伤，然后虽然几经挣扎活了下来，但却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阿、啊、姑打听到这里，却是大声的质问道：“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按理说，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大宋扶持他们对辽国绝对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换做是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可偏偏赵岩这个搭线人竟然忽然反水，杀死他父亲等人，更让他成为了一个太监。在说到最后一句时，他更是怒吼出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看着眼前愤怒至极的阿古打，赵岩并没有生气，而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这才继续开口道：“你说的很对，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我的确没有理由杀死你父亲和大伯他们，更不应该破坏两国的联盟。可是我偏偏如此做了，而且后来更是三番五次的派人打断你们完颜部的学习。” 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最后竟然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完颜部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像你这样的人才，若是生在我大宋，必定可以成为一代名臣。可你却偏偏生在女真，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宋的损失。为什么？既然连你都这么说了，那为何还要如此针对我们女真人？ 给我一个理由，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的。阿古达这时再次怒吼道，脸上的表情无比的狰狞。他现在什么都顾不得，只想在临死之前知道赵岩如此针对自己的理由。看着面前几近疯狂的阿古达，赵岩却是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开口道：“我可以给你一个理由，不过却不是现在。” 而是要等到乌庆晚被抓之后，到时候会把你们兄弟关在一起，然后告诉你们我针对女真的原因。只是在听过之后，恐怕就是你们的死期了。我现在就听，哪怕马上就让我死也愿意。你太激动了，今天不适合再谈这个问题，还是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吧。 阿孤打却是疯狂的大喊道：“他都快被这个问题给折磨疯了。若是没有赵岩的处处针对，恐怕他也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赵岩这时却是摇了摇头，然后叹息一声，转身离开。无论身后的阿孤打如何呼喊，他脚下的步伐没有任何停顿。与此同时，经过黄龙府城外那个废弃村落的大宋皇城司据点中午。 赵信却把脚撂在桌子上，整个人半躺在椅子上，一边哼着歌，一边看着手中这份情报。仅仅从他姿势上就能看得出，现在赵信心情十分不错。公子，什么事情让您这么高兴啊？ 正在这时，之前劝过他回去的那个老仆提着茶壶走过来，给赵信倒了杯茶，道：“他不是黄承思的人，来这里仅仅是为了照顾赵信日常的生活。不过他却看着赵信长大，所以无论有什么事情，赵信都愿意和他说，这让他成为这个据点中仅次于赵信的第二号人物。”王伯，您快来看。 耶律奴章刚传来消息，乌奇买去临皇府的使团已经把他大哥交给咱们大宋了，估计这时已经落到父亲手中。另外，双方的第一次接触也十分顺利，这让金国的使团认为求和的事情很可能成功。为此，乌奇买已经下令让使团继续和咱们谈判，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条件，都可以答应。 赵信这时挥了挥手中刚刚送来的情报，道：“他现在越来越享受这种情报刺探之中所带来的刺激感，那可太好了。不过朝廷那边是什么意思？是准备故意刁难金国使团议和不成，然后派兵攻打，还是假装同意金国议和，在议和之后突然出兵偷袭呢？” 这时，姓王的老仆人开口道：“这段时间，他跟着赵信也是大长见识。现在问出的问题也是切中要害。这个我也不知道，估计朝廷那边没有定计，所以才把我老爹派回来亲自坐镇，这样可以随机应变。不过，这两种办法区别都不大。以金国现在的实力，无论是堂堂正正的攻打，还是暗中偷袭。” 咱们大宋都可以轻松解决，特别还有耶律奴商这个内应，更是十拿九稳。赵信这是信心满满的道：乌齐买篡位之后，虽然金国好像没什么损失，但其实有不少人对乌齐买还是面服心不服。再加上乌齐买才干比阿骨打还是要差一些，因此金国现在情况其实很糟糕。若是没有外界影响，乌齐买也许会有时间一点点的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大宋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时间，这也是赵信坚信金国必灭的主要原因。连黄府城西北方一片小平原上，宋金两国正在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谈判。只见金国使节神情激动的大声道：“不可能，我们绝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没什么不可能的，若是金国连这样的诚意都没有，那双方也没什么可谈的了。” 你们回去等着迎接我们大军吧。身为大宋使节的王琦也同样十分强硬的道：“王琦今年三十多岁，现任礼部员外郎一职，这次更是被朝廷任命为使节前来与金国接触。能够在这个年纪担任这样的重任，日后他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我们金国国土本来就十分狭小，甚至只有大宋国土的几十分之一。 为何大宋还是要让我们割让自己的土地呢？而且三龙岭那里山势险峻，根本无法居住。就算是割让给你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啊！金国使节听到王琦用出兵威胁，当下立刻软了下来，甚至说话的语气已经带着几分哀求之意。这位金国的使节姓萧明杰，萧杰并不是女真人，事实上他和耶律奴章一样，都是辽国人出身。 出身于辽国萧氏，只是属于萧氏的支脉，并不怎么受重视。后来被耶律奴章说动，这才与对方一起投降的金国。这次更是被委派为金国使节前来与大宋谈判。只是萧使节现在却有些后悔，早知道大宋如此刁难的话，打死他也不愿意做这个使节。萧使节，这并不是什么国土大小的问题。 而是我们大宋需要你们金国拿出一个求和的诚意，我们也并不需要你们金国完全的放下武器，更没有要求让你们削减军队，只是提出让你们答应割让一点土地，赔出一些我们大宋这些年的军费开支。可以说这些条件已经十分宽松了。若是你们连这些条件都无法答应的话，那我只能怀疑你们金国求和的诚意了。王琦这是一脸真诚的看着小姐道。 他能够在这么年轻就做到现在的位置，除了他在二十岁就考中了状元之外，自然还与他本身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是，小杰听到王琦的话后，一时间有些语塞。自从谈判开始之后，他就感觉完全被眼前这年轻的大宋官员给压制住了。有时明知道对方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但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这让他感觉十分的憋屈。 好吧，割让三龙岭的事情我可以向朝廷反映，不过我不敢保证我大忌会同意这件事情。另外还有赔款的事，你们索要的数额也太大了，这个我同样做不了主。因此，还希望你们可以等上几天。最后，萧杰十分无奈的道：“他来之前已经想到大宋会提出一些条件，但却没想到这条件这么苛刻，根本不是他可以做主的。” 更加糟糕的是，大宋的态度还十分强硬，丝毫不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你们金国做事也太小气了，身为使节，竟然连这点权利都没有。早知道如此的话，我还不如去黄龙府当面和你们皇帝陛下谈。王琦这时却是有些不满的道：“其实他也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要让金国割让一块荒山野岭，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金国无法接受的巨额赔款。” 不过这些事情与他无关，他的任务就是逼着金国接受这些条件。至于其他的，自然有人会去处理。一天谈判结束之后，萧杰这时终于松了口气，然后逃跑似的回到军营之中，并且飞快的将今天谈判的结果写了下来，让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回金国。也多亏了林皇府离这里不远。 所以可以及时的相互传递消息，否则若是换作王吉也像他这样与东京城联络的话，光是一来一回就要几个月。萧杰派出去送信的人连夜赶路，很快把他的信送到乌启买手中。不过当看到大宋提出割地赔款的条件，却让乌启买大发雷霆，然后立刻将耶律奴章招入宫中议事。 不过，当耶律奴章看到这份谈判结果的时候，却是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只见他向乌金满行了一礼，道：“陛下何必发怒呢？其实，大宋提出这些条件，对咱们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坏事。什么意思啊？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还是好事？可是，你看看咱们金国的情况，若是答应了大宋的这两个条件，恐怕未来十几年都别想翻身了。” 乌季买听到这，却是没好气的道：“这也幸亏是耶律奴商这么说，若是换做另一个人，恐怕他早就让人把他拉出去砍了。”陛下，各地赔款当然不是好事，但是这件事背后却代表着大宋的意愿。您仔细想一想，大宋提出这样的赔款，虽然让咱们十分的为难，但是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也并非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认为大宋提出这样的条件，恰恰是他们想要和咱们和谈的表现。反之，他们很可能会提出一个让咱们无法接受的条件，比如说让咱们成为大宋的属国。到那时，陛下你只能称王而不能称帝。只见耶律奴章这时却一脸微笑的分析道。听完耶律奴章的分析，乌齐买露出了沉思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点了点头道。 如此说来，倒也有些道理。不过，大宋提出割地与赔款要求也太过分了。而且，萧杰在书信中说，大宋态度十分强硬，根本不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可怎么办呢？总不能咱们真的完全答应他们的条件吧？那倒不必。就咱们两国而言，大宋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所以他们直接态度强硬也在意料之中。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比如萧杰去谈判时，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主，这也让大宋对他十分轻视。所以我觉得可以派个分量比较重的人去与宋氏谈判，这样应该可以让大宋减轻一些赔偿。耶律奴章平静的道：“分量更重的人。” 乌启迈听到这，也露出沉思的表情。虽然金国比萧杰重要的大臣很多，但若是想要在谈判时随时可以做出决定，却只有他和耶律奴章两个。只是他们却都不能轻易的离开金国，这让他一时间也露出踌躇之色。陛下三思，以您的身份亲自与宋国使节谈判，肯定会对陛下威严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若是实在不行的话，还是由臣亲自跑一趟吧。耶律奴张这时则是开口劝说道：“刚才他提议派个分量更重的人与大宋谈判，结果乌庆满在考虑过后，竟然决定要亲自与大宋谈判。当然，他不可能去林皇府，而是要把大宋使节请到金国来谈判。不过，显然有些不妥，因为双方身份明显不是对等的。乌庆满这样做。” 等同于在自降身份。不过，乌企买这时却显得十分固执的道：“不必再劝了。若论起身份，整个大金恐怕没有比我更重要的人了。而且这次求和也关系到我大金日后的命运，因此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就由朕亲自出面，也并无不可。至于什么身份，我根本不在乎。” 看到乌齐买表现如此坚决，耶律奴章不好再劝，当下也只得和他商议一下，请大宋使节前来谈判的细节。其他的倒也好办，不过谈判的地点却有些麻烦，因为乌齐买肯定不能离开金国，所以只能请大宋使节前来。但是人家是否愿意来，却还是个问题。根据萧使节传来的消息，那位大宋使节年轻气盛，并不是个好说话的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乌齐满在与耶律奴商商议过后，决定将谈判地点定在金国与大宋的交界处，也就是大宋要求割让的三龙岭地界。那里山势险峻，地形复杂，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行动，这也可以保证乌齐满的安全。另外，将谈判地点设在两国的交界，并且乌齐满还要亲自赶到那，也足够显示金国的诚意。 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 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下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明老鱼。 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王商议过后，乌庆满立刻让人把自己要与宋使亲自谈判的消息送到连环府，接着。 又与耶律奴章商议了一些细节，然后这才让他离开皇宫。只不过乌齐买并不知道，耶律奴章在离开皇宫之时，却是特意扭头看了一眼宫门，然后脸上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轻声道：“简直太轻松了，看起来乌齐买可比阿姑打好对付多了。”几天后，乌齐买要求两国重新谈判。 并且由他亲自与大宋使节谈判的消息送到了临皇府。身为使节的王琦在听到这件事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因为他已经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优势，只要再加把劲儿就可以将赔偿给定下来。不过这件事却由不得他做主。很快他就接到赵岩的消息，让他同意了这件事情，然后前去宋金两国的交界三龙岭谈判。 三龙岭位于金国的最南边，是三道几乎平行的山岭，其中最南边的山岭就是大宋与金国的交界，所以三龙岭是属于金国的土地。乌青麦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特意将谈判地点选在三龙岭最南边的那道山岭的一处山口处。 山口南北分属于大宋与金国，大宋为了封锁金国，还在这里驻扎着一支几百人的军队，相应的金国在山口的另一侧也驻扎着军队，防止宋军入侵。 接到大宋同意前来三龙岭谈判的消息后，乌启麦也十分的兴奋，因为他觉得大宋愿意前来谈判，这已经表明了大宋的态度，所以他将国内的政务暂时交给耶律奴章在自己处理后，就兴冲冲的来到三龙岭地界，准备谈判。只不过乌启迈却不知道，就在他刚刚离开黄龙府城，城中却已经开始酝酿一场天大的阴谋了。 自从耶律奴章帮助乌齐买夺得皇位之后，他也如愿被封为辽王。原来的太傅府也变成辽王府，可以说是位高权重。特别是在乌齐买去三龙岭之后，他将所有的政务都交付给耶律奴章处理。如此一来，耶律奴章几乎成为金国的监国，朝中的大臣更是对他阿谀奉承。 每日里，辽王府大门前都聚集着大批官员前来求见，不少人都私下里称辽王府为金国的第二个皇宫。不过，今天晚上耶律奴章却将外面求见的人全部挡在外面，然后一个人十分恭敬的在书房里等候。等到二更天时，书房外终于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房门被打开，一个面带黑纱的黑衣人走了进来。 而这时，耶律奴章则是立刻上前行礼道：“参见特使，不必多礼。”只见这黑衣人故意用一种沙哑的声音道，让人分辨不出他本来的声音。然后，只见他打量一下耶律奴章，这才终于开口：“这件事情你办的十分不错，朝廷那边也十分满意。只要能够灭掉金国，抓住乌启埋，倒是绝对少不了你的功劳。” 多谢特使，属下自从投靠朝廷之后，就一心为朝廷办事，并不贪功。耶律奴张听到这，却是笑脸如花的道：“虽然嘴上说不贪功，但脸上的表情却已经出卖了他。这不是贪不贪功的问题，朝廷一向赏罚分明。你能够挑起乌金麦与阿骨打之间的争斗，并且把阿骨打送给朝廷，这就已经是大功一件。等到再灭了金国。” 那时你定然受朝廷的重视，说不定日后我还要靠你来照顾呢。黑衣人好像也是心情很好，这时竟主动的开起了玩笑，这让耶律奴张虽然心中自得，但嘴上却连说不敢。夸赞了耶律奴张几句之后，这位黑衣特使终于谈到正事。只见他这时语气郑重的道：“辽王乌金迈已经离开黄龙府城，接下来的事情你准备的。” 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发动？请特使放心，早在乌骑麦离开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各个忠于我的军队已经被我调到黄龙府城周围，只要我一声令下，立刻就可以控制住黄龙府城。 道士在派兵缴获忠于乌齐买军队的武器。以经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其他各地将领倒是肯定会观望，毕竟他们对乌齐买篡,篡位的举动也有些微词。如此一来，咱们只要顺利的控制黄龙府城，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会简单多了。耶律奴章这是自信满满的道：“自从背叛辽国以后，他已经主持了四五次叛乱。”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叛乱专业户，根本不会发生什么纰漏。怎么回事？宋史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到？乌启买有些焦急的在帐篷里走来走去道：“本来按照约定，大宋时节应该在前天就到了。不过因为宋史到三龙岭这里的路比自己远，所以对方没有按时到达，他也没在意。可是这眼看就要逾期两天，这让乌启买…… 终于有一种不妙的感觉，陛下，这也许是宋史想要给咱们一个下马威，所以才故意迟到了几天。您千万要沉住气，万不可因小失大。这时，站在一旁的萧世杰则是开口劝道：“自从宋史答应前来谈判之后，他就离开林皇府来这里陪同乌启迈。只是他这时也是心中奇怪。” 就算大宋有意要给他们下马威，迟到个一天两天也就罢了。可是现在都迟了三天不见人，这可就有些奇怪了。下马威，若真是下马威的话，那他们大宋也太瞧不起人了。朕好歹也是一国的帝王，可现在亲自屈身起来与他们谈判，他们竟然还要给朕一个下马威，我看他们根本就是想要让朕难堪。 吴起买这时却是气呼呼的道：“本来他亲自谈判就已经算是自降身份，却还要受到大宋如此慢待，自然让他无比的愤怒。陛下息怒，正所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次大宋能够同意求和，已经十分不易。听说大宋内还有不少人坚持要求出兵攻打咱们，所以陛下还是暂且忍一忍，等到议和结束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 萧使节这是再次开口劝说道，他生怕乌启买脾气上来，直接转身离开。到时宋史来到之后见不到他，说不定两国会因此而爆发战争。乌启买又何尝不懂上面这些道理呢？只是宋史迟迟不来，他心中却生出一种十分不妙的感觉，好像有什么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似的。 这种感觉十分紧迫，甚至让乌齐买有些坐立不安，但却又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当下，乌齐买又在三龙岭强忍了一天，可是山口另一侧大宋使团却还是不见踪影，甚至最后阿、啊、古打顾不得这两国的边界，直接派出探马到对面大宋境内打探。 结果他马跑了一天，却连个人影都没见到，甚至连之前驻扎在对面的几百宋军也消失了。发现上面这种情况，乌庆满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更糟糕的是，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阴谋会从哪个方面向他袭击。不过，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在这里傻等下去，无论如何也要先回黄龙府再做打算。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吴金麦匆匆忙忙的离开三龙岭，率领着几千骑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黄龙府城。因为金国的国土面积狭小，三龙岭离黄龙府城也只有三天的路程。 吴起满心急之下，又是命令全军日夜赶路，最后仅仅花费了两天，来到黄龙府城下。黄龙府城情况一切如常，城门进出人虽然不多，但也排成一条长队。城门口的士卒则在检查着这些进出城门的人，防止夹带或者有不法之人进出。城墙上也有不少士卒在守卫，那一位看起来十分的平静，与平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看到黄龙府城的情况，乌启迈终于松了口气。他赶来时最担心的就是黄龙府城再出问题，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他多心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乌启迈一马当先冲进城中，打算赶到皇宫把耶律奴章叫出来议事，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局面。 不过，乌庆买刚才在城外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刚一进城，却立刻感到不妙。因为只见城门内不远的一些建筑明显被损毁，地面还有大片血迹没有清理干净，甚至他还能在空气中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而且平时城门处应该是最热闹的地方，刚才他就看到不少平民进到城中，可是现在门口却是冷冷清清，根本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不好，快撤！有埋伏！乌奇麦这时高喊一声，转掉马头就想退出城去，可惜这时已经晚了。只见城门两侧藏兵洞中有无数的士卒杀出，挡住了乌奇麦的退路。另外，城门也轰然关闭，一下子把乌奇麦身后的骑兵截成两段。乌奇麦下马投降。 就在城门关闭的那一刻，耶律奴章一身铠甲的出现在城头，然后大笑着对下面的乌启迈道：“就在乌启迈离开黄龙府城后不久，他就发动兵变，控制了黄龙府城，而且严密的封锁了消息，为的就是等乌启迈自投罗网。”是你，乌启迈牙子举裂的盯着城头的。 耶律奴章大声道：“他万万没想到，对方才刚刚辅佐自己登上地位，现在竟然又背叛了自己。这种转变实在太快了。他自问在登基之后没有任何对不起耶律奴章的地方，可是没想到换来的竟是背叛。<laughs> 的确是我当初你背叛阿骨打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被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背叛。可惜你太笨了。” 根本没有吸取到半分教训，所以落到现在的下场也怪不得别人。耶律奴章一脸微笑的对着乌齐买道：“居高临下的他本来就占据着心理优势，再加上乌齐买已经成为瓮中之鳖，更让他得意非凡。甚至这时，他若是愿意的话，就可以杀掉乌齐买里，自利为蒂。 不过，作为一个聪明人，他早已经看出整个金国已经成为一潭死水，在大宋的包围下根本没有任何出路，所以他不会蠢到去做这个金国的皇帝。杀！城外传来阵阵的喊杀之声，那是被挡在门外的骑兵在被耶律奴章围剿。而这时，乌庆美身边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千人的护卫。 面对耶律奴章手下数万大军，根本没有任何杀出城外的把握。哪怕乌几买久经沙场，这时也想不出什么逃跑的办法。看着下面神情百变的乌几买，耶律奴章却是再次长笑道：“乌几买，识时,时务的就快点放下武器投降，说不定你还有机会与你大哥相聚。若是不识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听到耶律奴章提到阿姑、啊、打乌齐满，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想明白了一切，当下再次狂怒无比的抽出腰刀，大声吼道：“你竟然与宋人勾结在一起，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吴天迈暴怒之下，早已顾不得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一马当先向城门杀去。他虽然恨极了耶律奴章，但也并没有失去理智，知道只凭自己这点人根本杀不到城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杀透重围，打开城门。虽然这样做机会同样十分渺茫，但至少比到城头送死强。 耶律奴章手下将士虽然都是他的心腹，但同样也是金国的将士。乌齐满身为金国皇帝，对他们还是有一些心理威慑的。所以，这时当他们看到乌齐满一马当先杀过来的时候，前面的士卒不禁纷,纷纷往后退缩，这也使得乌齐满捡了个大便宜。刚开始，竟然把耶律奴章的手下杀得连连后退，眼看着就要冲破重围，杀向城门。传本王命令。 生擒乌齐买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城头上耶律奴章看到这种情况，当下不禁焦急的大喊道：“虽然城外也有他安排的军队，但若是真让乌齐买出了城，那对方逃跑的机会可就大了。”耶律奴章的命令很快传达下去。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至少耶律奴章手下将士们听到后，全都是精神一振，在一些将领的指挥下，很快止住了败退的脚步，仗着人多的优势，一点点的把乌齐买再次围了起来。一时间，乌齐买的压力大增，再也难以前进半步。战场之上，乌齐买已经杀红了眼。 这时，他早已经放下了皇帝的身份，只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将士，手中的弯刀不断的挥舞，收割着敌人一条又一条的性命。只是在优势兵力的围剿下，他手下的将士也是一层层的倒下。吴继外身边的护卫越来越稀薄，幸亏这些将士都是他的心腹，没有他的命令，所有人宁死都不愿投降。好。 战场之上，忽然传来一声号令，紧接着包围乌齐麦的将士中忽然抛出无数的锁套，猝不及防之下，乌齐麦只感觉身上一紧，手臂与脖子已经被套索给牢牢的套住。紧接着，周围士卒一起用力，乌齐麦一下子从马上栽了下来，然后被拖拽着进入到敌军阵中。还没等乌齐麦起身，已经有十几把武器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乌齐迈被擒，他手下残存的上百将士本来想要投降，可惜耶律奴张根本不接受，挥手之下，让这些人把乌齐迈心腹屠戮一空。直到这时，耶律奴张才笑呵呵的来到乌齐迈面前，道：“乌齐迈，你这又是何必呢？没想到你竟和宋人勾结在一起，可惜真受你的蒙蔽，才落到今日之下场。” 乌气迈瞪着猩红的眼睛，怒声道：“这时他头盔也掉了，铠甲上也被划出几道口子，满身都是泥土与血迹，看起来狼狈无比。<laughs> 别把什么事情都往我身上推。若不是你自己有野心的话，又怎么会把你大哥的皇位抢过来？若是现在依然是阿姑大做皇帝，恐怕我也不会有机会控制住黄龙府城。” 耶律奴章这时再次微笑，大局已定，他也总算可以向大宋邀功了。看到耶律奴章脸上得意的笑容，乌金麦当下更加愤怒，指着他开始破口大骂。可惜耶律奴章根本不在乎，手一挥，让人把乌金麦压了下去，随后立刻派人去大宋投降。这次的事情在表面上看来，大宋根本没有参与到其中，一切只是金国内部叛乱，这也免得落人口实。 赵岩让宋史王琦答应吴起买谈判要求之后，却没有让人去三龙岭那里，而是让杨怀玉率领大军列阵在金国边境，做好随时进攻的准备。若是耶律奴商成功的话，那么他的大军就会长驱直入，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金国。但万一耶律奴商失败的话， 肯定也会给金国造成不小的麻烦，到时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机会杀进晋国。因此，无论一律奴张是否成败，这次赵岩都是铁了心的要灭掉晋国。父亲，咱们大军正准备要杀进晋国，正需要有人在金国内部接应。您干嘛非要让我这么早就出来？赵岩的大帐之中，赵信有些不满的开口。 本来他在金国潜伏的很好，可是赵岩刚来到金国边境就强行令他撤回来，父令难为。他也只得乖乖的来到大军之中。不过他在见到父亲时，难免有些抱怨。要什么接应啊？金国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们黄城司的任务已经完成，无论耶律奴张是否成功，接下来都是军队要做的事情。 你们那点人手待在金国能有什么用啊？还是老老实实的给我在军中待着，不许再乱跑。赵岩却是一瞪眼道：“其实赵信的性格和赵岩年轻时最像，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嘻嘻哈哈没正形，但其实心中却极有主见，这也是赵岩拿赵信没办法的原因。” 看到父亲生气，赵信却丝毫不害怕，依然嘻嘻哈哈的和赵岩说话。一会儿问一下家里的情况，一会儿缠着说等到金国事情结束之后，他想去高丽、倭国转一转。对此，赵岩虽然当场拒绝，但赵信却丝毫不气馁，依然笑嘻嘻的软磨硬泡道，简直没皮没脸之际。 几天以后，耶律奴章派来报信的人终于赶到赵岩的大营。当接到乌齐买已经被生擒的消息时，赵爷爷兴奋的一拍桌子，然后命令大军直扑金国。刚开始达到金国边境时，边境的守军还要抵挡，但是当耶律奴章的信使拿出耶律奴章亲自签署的文书，这些守军也犹豫了。 特别是在看到对面的宋军几乎是他们的十几倍之后，最终还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了投降。收编了金国边军之后，宋军再次加速前进。路上虽然不时遇到金国守军，不过这些守军大部分都选择投降，少部分的人虽然选择抵抗，但在大宋绝对优势兵力面前，他们的抵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连阻挡一下宋军的脚步都做不到。 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 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明：北冥老鱼。 由懒人听书优质书品。这死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宋军前进的速度极快，五天之后就到达了黄龙府城下。耶律奴章这时早已经得到了消息，准备好了降书与金国的玉玺等物，出城十里向赵岩率领的宋军投降。 对此，赵岩代表大宋接下了耶律奴章的降书，这也标志着金国正式灭亡。越王殿下，吴继埋已经被关押到城中的大牢之中，随时等着您前来收押。做完了一套投降仪式之后，耶律奴章一脸谄笑的向赵岩开口道：“干得不错。” 黄龙府城狭小，大军不便进城。本王没时间在这里久留，你让人把乌启迈立刻送到军营中来。明天我就会把他与阿古达一起押送回京城问罪。赵岩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道：“为了谨慎起见，他根本没打算进城。这倒不是胆小，而是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从而导致整个局面失控。毕竟他的身份太重要了。”小人明白。 马上派人把乌齐麦送来。耶律奴章十分的聪明，略一思量就明白了赵岩的意思，当下急忙开口，然后转身让人把乌齐麦送来，同时大开城门，并且让手下的军队放下武器，以此来打消赵岩的疑心。看到这里，赵岩也满意的点了点头。耶律奴章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却不小，难怪能在金国爬到如今的地位。 可惜大宋却不需要这样的人才，日后还是要让他离朝堂远些才是。耶律奴章的反叛，然后将乌齐买交给大宋投降。随着大宋军队的进驻，金国各地虽然时有反抗，特别是那些完颜部出身的贵族，更是不甘心失败，因此反抗的最为激烈。可惜金国灭亡的大局已定，根本不是他们可以阻挡的。 赵岩在金国待了一天一夜。当耶律奴章把乌启买交给他之后，他就把金国这边的事宜交给杨怀玉来处理，耶律奴章留下来协助他。等到将金国完全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会一起进京述职，到时肯定少不了他们的封赏。至于赵岩，则带着乌启买提前离开了金国。 乌七麦被耶律奴章送到大宋军中时，赵岩仅仅是远远的看了一眼，然后让人把他压进特制的囚车之中。从始至终都没有单独去见乌七麦，毕竟他和乌七麦不熟。当初他离开完颜部的时候，乌七麦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屁娃子，不像阿古打都已经记事了。而且赵岩日后会为他们兄弟安排一场见面会，所以现在没必要再提前见他们浪费口舌。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岩押送着乌启迈，在离开黄龙府之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林皇府。当赵岩带着乌启迈来到关阳阿古达的牢房时，阿古达并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反倒是乌启迈的精神十分沮丧，根本不敢看阿古达的眼睛。好了，本王说过，你们兄弟肯定会重逢的。 今天就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叙一叙兄弟实情，明天再解决我与你们之间的恩怨。赵岩在来之前就已经得到赵旭的许可，只要把阿姑大兄弟抓住之后，将任由他处置，不必带回京城问罪。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赵岩打算直接在林皇府这里处死这对兄弟，然后把金国遗留的问题处理一下，彻底解决女真人带来的威胁。 等一下，你不要忘了，还欠我一个理由。看到赵岩要走，阿古打忽然高声喊道：“他现在已经绝了其他念头，一心只想搞明白为什么赵岩如此针对他女神。”放心吧，明天会给你一个理由的。赵岩这时却是头也不回的道，然后其他人将阿古打的牢门打开，并且把乌奇曼也一起关了进去。 父亲，你欠阿古打什么理由啊？这时站在赵岩旁边的赵信好奇的开口问道。他本来还想在金国多待一段时间，不过却被赵岩强抓了回来，因为他担心这个臭小子在乱跑。小孩子管那么多干什么？明天跟着我去办一件事，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的不要多问。赵岩却是白了儿子一眼。 明天的事情十分重要，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所以由自己的儿子帮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自是最放心不过。不说就不说嘛，干嘛说我是小孩子？啊？我可都快二十了。赵信听到这，却是有些不满的嘟囔道。不过他可不敢让赵岩听到，同时他心中也十分好奇，明天到底有什么事情，还要让自己去帮忙。 看着赵岩父子离开后，牢房中的阿姑达与乌奇麦这对兄弟却是相顾无言。其中阿姑达满脸愤怒的盯着乌奇麦，而乌奇麦则是低头沉默不语。一时间，牢房中的气氛变得十分压抑。大金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希望了？过了好半天，阿姑达这才忽然开口问道：“他虽然不知道赵岩的计划，但现在乌奇麦……” 都被抓进来了，那么金国肯定发生了极大变故。现在他只希望能够让金国留下一丝希望，这样日后女真人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全完了！耶律奴章这个奸贼早与大宋勾结在一起，大宋借着和谈之名将我骗出京城，然后耶律奴章反叛，控制京城。我等不到宋氏。 于是焦急的赶回京城，却被耶律奴章暗算被抓，然后宋军全线攻入国内，现在整个大金已经落到大宋的手中，除了我之外，其他重要人物几乎全都被抓了，根本没有翻身的可能、啊。了。吴锦迈神情低落的道：“他被耶律奴章抓住后，关押在黄龙府城的监狱之中，在那里见到了金国绝大部分的重要大臣。” 女真贵族除了在外地领兵的外，剩下几乎全都被抓了，甚至连一些普通的女真人也被牵连其中。听到自己辛辛苦苦一手建立起来的金国境就这么完了，阿古打一时间感到血气上涌，猛然冲上去对着乌齐迈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乌齐迈也没脸还手，就这么抱着头任由自己大哥打。 哪怕是被他打的额头都流了血，他也没有哼一声。等到阿古达打累了，这才终于停了下来，然后无力的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这时乌奇麦才缓缓的松开抱着头的双手，然后擦了一下脸上的血迹，同样无力的坐在阿古达身边。自从懂事之后，这还是阿古达第一次把他打的这么狠，大哥。 对不起，乌庆买坐下来许久之后，终于开口问道。经过国破家亡的打击之后，他终于从野心勃勃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这是对阿古达充满了歉意。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听刚才赵岩的意思，恐怕明天就是咱们兄弟的死期了。 阿古达这时也从愤怒中冷静起来，当下长出了口气，低声道：“他从来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但是面对眼下这种绝境，以及赵岩这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敌人，让他不由得感到十分的绝望，甚至早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大哥，咱们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大宋好像并没有杀死敌国皇帝的习惯，无论是西夏还是辽国皇帝。 都是在大宋生活许多年，虽然可能会受到一些刁难，但至少不会被处死，所以咱们也应该不会被杀吧。这时乌鸡麦心中还存着最后一丝希望，道：“不过阿古打听到自己这个弟弟，却是冷笑一声道：‘乌鸡麦，你太天真了。’” 大宋的确没有处死帝国皇帝的习惯，但是可不包括咱们。只要有大宋赵岩在，他就绝不会让咱们活着。甚至我怀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会继续打击残存的女真人，直到让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女真人为止。为什么呀？赵岩为什么这么恨咱们？ 乌奇麦听到这，也不由得震惊又绝望的大声道：“他不像阿古纳那么敏感，早就觉察到赵岩对女真人的恨意，所以当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一时根本无法接受。”我也想知道，上次我就曾经追问过他，可惜他却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已经答应我了，会在我们兄弟重聚的时候告诉我。 不过，我才很可能就是在我们死前，他才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我。阿、啊、姑打这时无奈的开口道：“听到大哥的话，乌气麦也露出垂头丧气的表情。” 这些年，他们兄弟遇到过无数的凶险，可是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绝望。甚至当知道明天就是自己死期的时候，乌庆满竟然生出几分恐惧之感。以前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刀枪，他却从来没有害怕过，哪怕敌人比自己更加强大。可是现在，他却忽然害怕了。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到，原来活着竟是那么美好。 接着，阿古打和乌气麦都没说完。晚上送来晚饭的时候，阿古打照样大吃大喝，但乌气麦却根本吃不下。最后还是阿古打打骂他几句，乌气麦这才勉强吃了点东西。只是晚上时，他却在恐惧中失眠了，特别是每当想到明天就是自己死期的时候，半分睡意都没有。 在乌奇迈惶恐不安之中，第二天还是到来了。不过赵岩并没有立刻过来，反倒是按时送来早饭。阿古打依然是面不改色的吃喝，相比之下，乌奇迈还是有些食不下咽。好不容易吃完早饭之后，就一时坐在墙角里发呆。整整一上午，赵岩都没有出现。 一直等到午饭过后，这才只见他慢悠悠的来到了牢房之前，然后一脸微笑的对阿古达兄弟道：“时间到了，你们呐，随我去一个地方吧。”等一下，你答应给我的理由呢？这时阿古塔再次开口问道：“生死他已经不放在心上，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想要做个明白鬼，你放心吧，到地方啊，我自然会告诉你。赵岩却是再次微笑着道，随后他一挥手，立刻有人打开牢房，把阿姑大兄弟押了出来，然后跟在赵岩身后出了监狱。 本来阿古达以为要把他们押送到刑场，可是没想到出狱之后，赵岩带着他们却是上了马车，然后七拐八拐的来到一片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外。这，这里是原来辽国的皇宫。阿古达看到眼前这片建筑群的时候，有些惊讶的道。 林黄府城就是以前辽国的上京，当年他曾经率兵打下过这里，并且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所以他对城中的地形十分熟悉。进去吧，我在里面专门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地方。赵岩这时再次微笑着道。 本来有些秘密，他是死也不打算对任何人说的。不过有时候，秘密存在心中时间长了，会让人感觉十分不舒服，想找人倾诉一番。这种感觉随着赵岩年纪增长也越加强烈。刚好阿、啊、郭大兄弟就是一个不错的对象，因为等到他们听完自己的秘密后，也就是他们死期了。而且死人是最能保守秘密的。 当下，赵岩带着阿骨打等人进到皇宫。不过，这里已经成为大宋皇帝在临皇府的行宫。虽然按照大宋的体制，赵旭这辈子几乎都不可能来这里，但这里毕竟是以前辽国皇宫，除了大宋皇帝之外，其他人根本没资格住在这里，所以只能作为行宫保留下来。 本来辽国皇宫规模不大，不过当年耶律俊执政期间对皇宫进行了数次扩张，所以使得行宫的规模很大，并不比大宋皇宫小多少。只是因为财力的原因，使得耶律俊无力建造太多宫殿，因此皇宫里的宫殿并不多，宫中到处都是大片的空地。当年阿骨打攻打下来林皇府之后，将这座皇宫也是洗劫一空。 后来大宋接管这里后，虽然找回一些老工人负责管理这座行宫，但是相对这座规模庞大的行宫来说，人数还是太少，所以行宫中到处都是荒草，宫殿也显得年久失修，甚至有些鸟雀和野兽居住在宫殿之中，这恐怕是当年耶律逊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穿过了一重又一重的宫殿。 最后，赵岩他们一行人来到皇宫东侧的一座小宫殿外。这里的宫殿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当年耶律逊的书房，很多政务都是在这里处理的，所以算是行宫中一处十分重要的地方。不过，这座小宫殿也因为无人维护，变得破败不堪。哪怕事先打扫过，但看起来依然如同鬼域一般。 赵岩带人进到这一片破败的御书房中，然后只见书房中已经打扫的十分干净，而书房的地面上却露出一个大洞，看起来像是个暗道，这让阿古大与乌齐麦两人也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当年他们攻下林皇府的时候就曾来过这里，但却没发现这御书房下面还有这么一个暗道，把他们压下去吧。 赵岩这时手一挥，道：“随后那些护卫立刻拉着阿姑达二人进到地道中。这个地道修建的十分坚固，四周都是巨型的条石加固，脚下则是一级级的石阶。顺着石阶下去，很快来到一处石门前。推开石门之后，则是一处面积不大的石室。石室四周依然是用石条加固，显得十分的坚固。石室之中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只有在正中地面上竖立着两个坚固的十字架，而阿古大兄弟二人进到石室之后，立刻被押送的人牢牢的绑在十字架上，随后又有一群人进进出出，抬了一个又一个的木箱子，全都堆在墙角，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等到箱子搬完以后，所有人都退了下去，然后赵岩带人走了进来。 其中，他背后那几个护卫在石室里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这才退出了石室。如此一来，赵岩身边就只剩下一个少年，这个少年自然就是赵岩的儿子赵信。信儿，你也出去吧，记住守好洞口，任何人不得靠近，更不许任何人偷听，你也包括在内。 若是让我发现你偷听的话，你这一辈子都得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不许外出。赵岩说到最后，脸上表情变得十分严厉，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严厉的对赵信说话。父亲，石室里就只有你自己，我也不放心呐、啊，不如让我也留下来，大不了我把耳朵堵上就是了。赵信这时却开口提议道，说话时还看了看阿库大和乌鸡麦。 虽然他们两人被绑得严严实实，但赵岩身边却连个护卫都没有，这让他还是不放心。不用了，石室没有其他入口，阿古达他们被绑成这个样子，我更不会帮他们解开，所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过，我有些话要和他们聊一聊，这些话不方便让外人听，你只要守好入口就行了。赵岩再次开口解释道，脸上的表情十分坚决。 看到父亲的样子，赵信也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也没用，于是只得点点头，然后缓缓的离开了石室，并且在出了地道亲自在外面守着。而赵岩这时则走过去，亲自关上石门。这里曾经是耶律俊的私人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一些极为贵重的物品。当年阿古打占据皇宫时，并没有发现。 后来大宋占据这里之后，耶律俊才让人把这里的东西都取走，只剩下这么一间地下室。经过改造之后，刚好可以作为赵岩他们谈话之所。赵岩关上石门之后，整个石室之内只剩下阿骨打、乌鸡满三个。这座石室位于地下树上处，四周都是用巨石修建而成，密闭性极好，根本不用担心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 你做了这么多准备，就是不想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阿姑达看着关上门缓缓走来的赵岩，开口道：“他这是更加好奇赵岩要和自己说什么。”不错，有些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我特意找了这么一个密室，出我之口，入你们之耳。不过听完这个秘密之后，你们恐怕再也走不出这里了。 赵岩一脸淡笑的开口道：“虽然最后那句话有些残酷，不过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 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我不是普通人，这点我早就想到了，你不用再提醒我们。现在我只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们女真人？阿、啊、姑打盯着赵岩再次追问道。对于生死，他早就不放在心上。不错，你到底为何针对我们？难道仅仅因为当初我父亲他们曾经慢待过你吗？这时，乌七满也终于清醒过来，当下大声向赵岩质问道。 从昨天到现在，他一直处于对死亡的恐惧。可是现在即将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忽然一下子豁出去了。加上又有阿姑大在，让他好像有了主心骨似的，所以也暂时把生死之事抛到九霄云外。听到阿姑大兄弟追问，只见站在对面的少年却显得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来到他们兄弟面前，然后打量一下他们，这才开口道。 虽然我从来没有承认特意针对你们女真，但是你们已经感觉到了。从这点来看，你们还不算太笨。的确，我从一开始就是在针对你们女真人，甚至当年西夏和辽国都还在的时候，但是在我心中第一个想要消灭的敌人就是你们女真人。为什么？ 当年西夏和辽国那么强大，你们大宋在他们打击下只能忍气吞声，他们才应该是你们最大敌人。为什么你竟然对我们那样一个小小的部落如此仇恨呢、啊？阿、啊、姑大听到这，禁不住十分悲愤的大喊。 其实他这时很委屈的，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女真无论如何不可能威胁到大宋。可是从那个时候起，赵岩就已经在针对他们，这也使得他们之后的发展满是坎坷。哪怕竭尽全力，也只能勉强立国，但却又被大宋封锁了数年，这才导致今日的后果。从常理上来看，我的确没有对付你们的理由。 甚至当初我做出针对你们的举动时，连我们大宋内部都有不少人认为我在发疯，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不过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至于你们信不信，那就是你们的事了。赵岩说到这，故意停顿一下，当看到阿古打与乌庆迈全都瞪大眼睛盯着自己的时候，这才微笑着继续道。 其实我针对你们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早就知道你们女真人会在日后崛起，到时你们将在短时间内灭掉辽国，继而进攻我大宋。虽然没能灭掉我大宋，却会给我们宋人带来无比血腥的灾难。也正是早就知道这些，所以我自然不会让你们顺利的成长下去。哪怕没有当年我流落到你们完颜部的事情。 我也依然会想尽办法，在你们还弱小的时候灭掉你们，彻底的解决这个后患。赵岩的话一出口，阿古塔和乌金麦全都瞪大眼睛的盯着他，脸上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他们没想到赵岩竟然会给出这么一个理由。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看着阿古大兄弟震惊的表情，赵岩却是淡然一笑。不过他并没有再开口说什么，而是静静的看着他们。过了好一会儿，阿古大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忽然间扭头看向赵岩，大声说道：“你胡说！你怎么可能会预知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啊？难道你是神仙吗？”“ <laughs> 我当然不是神仙，但也不是普通人。” 赵岩这时手抚着胡须，长笑一声道：“终于能够把心中藏着几十年的秘密一吐为快，这让他也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不可能，你肯定在撒谎。相比阿古达，乌奇麦这时却显得有些惊慌。他们女真人虽然有自己宗教信仰，但是像他们兄弟这种杀人如麻的人，早已经不把任何鬼神放在眼里。 可是现在赵岩却又亲口说他不是普通人，这下子打破了乌奇买的认知。虽然嘴上指责赵岩撒谎，但是其心中却已经将赵岩视为非人的异类了。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愿不愿意信呢、啊，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在说一件事实。 赵岩并不急着解释，若是他们相信呢，他并不介意多说一些；若是对方不相信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到此为止，因为再说下去也只是浪费唇舌。吴金麦，不要乱说，我相信越王殿下没有说谎，而且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殿下还有必要用谎言欺骗咱们吗？ 阿姑大忽然瞪了吴奇曼一眼，训斥道，然后只见他又扭头看着赵岩问道：“殿下，你说你不是普通人，这点我相信。我曾经认真的研究过大宋这几十年来的历史，结果发现大宋之所以能够摆脱原来弱势的处境，有很大原因都在于殿下对大宋进行的一系列影响，所以我绝对相信殿下。” 不是普通人，阿、啊、孤打的话并不是恭维。事实上，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根本没有恭维赵岩的必要，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对方都不会改变杀死自己的决定。他上面的这些话，其实只是在述说一个事实，因为赵岩与大宋崛起的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赵岩听到这，也不由得赞许的看了看阿古达，毕竟能够迅速接受自己这些话，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到的。片刻之后，他这才再次开口道：“阿古达，你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若是生在我大宋，必定可以成为我大宋的栋梁之才。可惜，可惜呀。” 赵岩已经不止一次对阿骨达感到可惜，因为他若是生在大宋而不是女真的话，定然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不过阿骨达听到这，却是坚定的摇头道：“越王殿下不必为我可惜，我阿骨达生是女真人，死是女真鬼，哪怕下辈子投胎，也依然希望自己是女真人。<laughs> ”如此来说，是本王多嘴了。 赵岩听到阿古打这些话，并没有生气，反而笑呵呵的道。不过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一冷，接着又道：“不过你的这个心愿，恐怕是没办法实现了。日后这个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什么女真人了。”什么？你什么意思？啊？难道？ 你要杀光所有女真人吗？阿、啊、姑打听到这里也是又惊又怒，当下大声怒吼道。但同时他又感到无比的恐惧，因为大宋的确有将女真人灭族的实力。<laughs> 虽然我很想让女真人完全从世界上消失，但却还是狠不下心来做灭族的事情。不过今天我刚刚接到消息。 金国那边被我们占领之后，那些被你们统治的各族百姓开始发疯似的攻击你们这些女真人。据我所知，金国大部分女真人已经被乱民杀死，残存的女真人要么改头换面，扮成其他民族人生活，要么直接逃回大山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女真人已经完了。 赵岩这时再次微笑着道：“金国那边针对女真的事情，可不是他暗中挑拨的。事实上，这件事情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反倒和阿古打兄弟二人关系密切。因为他们在建立金国之后，就规定女真人为金国一等人，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甚至他们杀了其他民族百姓，根本不算犯罪，只需要缴纳一定罚金就可以。” 这些女真人都是刚从山里出来的野人，根本不懂得什么礼法，结果在金国是为所欲为，犯下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平时其他人对女真人是敢怒不敢言。 可是，当金国被大宋占领之后，那些压抑已久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真可谓是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连大宋军队都阻止不了。当然，宋军也懒得阻止，因为他们听到了太多女真人犯下的罪恶。别的不说，光是女真人当年将上京屠戮一空，就是件天大的罪行。结果，宋军这种态度更加纵容了金国人的仇恨。短短几天。 金国的女真人就被清理干净了。阿、啊、古打听到竟是国内百姓造反，一时间露出沉思的表情。反倒是乌金麦却是破口大骂道：“一群贱民！早知道如此的话，当初就应该把他们全部都处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你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懂。 而且光靠你们女真那点人口，你觉得能有什么发展呢？赵岩听到吴奇买的话，却是白了他一眼，道：“对于完颜部这种没有任何根基的野人小部落而言，他们受到先天的影响，对于治理国家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经验，更不会处理国内复杂的形势，只能靠着一味的高压统治。所以女真落到现在的下场，也怪不了别人。金国的女真人。” 只有我们完颜部，可是越王，你不要忘了，我们女真人的根是在山林，只要山林还在，我们女真人就不会灭亡。阿古、啊、大这时却是忽然开口道：“当得知金国被灭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完颜部被屠的准备。不过，女真并不是仅仅有一个完颜部，还有不少其他部落的女真人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赵岩不可能把所有女真人都灭掉。” 听到阿、啊、古打上面这些话，只见赵岩却是哈哈一笑，道：“不错，的确还有不少女真生活在山林之中。因为山林中地形复杂，我们很难派兵清剿。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比如我们可以派人与他们做交易，然后一点点的引诱他们主动走出山林。只要他们出了山之后，或杀或俘，都在我们一念之间。” 我们女真人虽然不聪明，但也不笨，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被你们引诱出赖以藏身的山林呢？赵岩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乌庆梅厉声打断道：“ <laughs> 这有什么难的？你们女真在山中生活什么样子？想必你们比我更清楚。吃不饱，穿不暖，每次过冬简直都像在赌命。部落里的新生婴儿中，十个中有三个能活下来，算是不错了。” 可是你们看看我们大宋，虽然有不少的穷人，但是只要不遇到灾荒，甚至可以吃饱穿暖，生病有大夫，甚至只要你肯努力发家致富，并非太难。所以，我们宣称，只要山林中女真人走出来，就可以成为大宋子民。你觉得那些女真人会怎么选？赵岩再次大笑道。 随着蒸汽机的运用，大宋正在进行着一场工业革命，这也带动了百姓生活条件的提高。以东京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解决了基本温饱的问题，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之中。这对于大宋疆域之外的民族来说，将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吸引力。比如大理和高丽已经数次请求内附，这就是高等文明所带来的优势。 自从立国以后，啊，郭大与乌齐满也是眼界大开，接触到很多以前接触不到的东西。自是知道大宋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别的不说，当初他们金国百姓就拼了命的想要逃到大宋去，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国内的高压统治，同时也是那些百姓对大宋生活的向往。而对于生活在山林中的女真人来说，大宋的生活简直就像天堂一般。所以，只要大宋愿意接纳那些女真人。 恐怕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全都走出大山，到时恐怕就真的再没有女真人了。想到上面这些，阿古达两个都是面如土色，眼睛中满是颓丧。过了好一会儿，只见阿古达再次抬起头，盯着赵岩道：“越王殿下真是好算计啊！我们输在你手里，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非要将我女真一族灭掉才甘心呢？我是什么人呢、啊 <laughs> 呃？我的身份来历十分复杂，甚至就算我直接告诉你们，以你们的智商，恐怕也很难理解。不过呢，我们可以慢慢聊这个问题。你到底在说什么？虽然阿、啊、孤打和乌金买听不懂赵岩话中的智商是什么意思。 但也可以感觉到对方话中的讽刺意味。只是这时他们已经顾不得与赵岩计较这些，只想尽快搞明白赵岩的真正身份。没什么，既然你们想知道，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不过我想问一下，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出现的话，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赵岩这时忽然转变了一个话题，问道：“没有你。” 什么意思啊？阿姑达和乌金麦听到赵岩这个奇怪的问题，都是一愣，彼此间对视一眼，然后十分不解的看向赵岩。看到阿姑达兄弟不明白，这让赵岩有些无奈。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沟通起来十分麻烦。当下只能耐心的解释道：“你们看啊，如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出现，那么大宋依然是原来那个羸弱的大宋。” 西夏和辽国呢也不会灭亡，你们更不会接连受到大宋的打击。如此一来，等到时机成熟之后，你们就会飞速的崛起。这一点，你们觉得是否有可能呢？啊，这个，听到赵岩上面这些假设，阿骨达露出沉思的表情，过了许久，这才终于抬头点了点头，道：“不错，事实的确如此。” 辽国虽然看似强大，但是自从耶律洪基开始，就已经在走下坡路。反观我们女真人，却在慢慢的强大起来。只要给我一个机会，灭掉辽国，取而代之，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很好，事实上，据我所知呢，若是没有我出现，你们女真人将会在辽国衰弱之后飞速崛起，并且还与我们大宋结盟。 仅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灭掉了辽国。按照当初的约定，你们本应该在灭掉辽国之后，将燕云十六州还给我们。可是你们却背信弃义，非但没有归还燕云十六州，反而还迅速起兵攻打我们大宋，结果导致我们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全部陷于你们女真之手，无数百姓死于你们的屠刀之下。 所以，若是论起卑鄙无耻，你们女真人可比任何人都要强得多。赵岩说到最后，也不禁咬牙切齿的道：“他还没有提到开封城破城时，大宋皇族所遭受的屈辱，这也是当初鞭策他不断帮助大宋变强的主要动力之一。这，这些都是你的臆想，根本没有发生过。你怎么能把这些罪行都强加到我们身上？” 吴奇麦这时高声叫道：“他还是无法接受赵岩能够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这才出口指责。”哦，这可不是我的臆想，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因为我的到来，使得一些事情发生了改变，所以你们才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否则，按照原来的历史进程，现在你们应该已经灭掉辽国，正准备向我大宋进攻呢。 赵岩一脸微笑的开口道：“能够把自己预先知道的历史毫无顾忌的说出来，这种感觉真是太爽快了。不像他以前明知道历史的进程，却还是不能说出来，更不能拿来做证据。这些又是你预先知道的历史？” 阿、啊、姑，塔这时眯着眼睛问道：“他这时模模糊糊的，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仔细一想，却又感觉十分的糊涂。不过，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赵岩应该可以预知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人的确不是普通人。说是预先知道呢，也不能算是错，至少在这个时空是正确的。不过，在另一个时空，我却是和普通人一样，都只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这些历史。” 赵岩再次淡笑着开口道：“这个时空，另一个时空，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乌奇曼这时彻底的糊涂了，当下面带惊慌的开口道：“人类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抱着一种恐惧感，乌奇曼也不例外。赵岩的话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这也让他更加的恐惧。”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不是普通人。 确切的说，我并不是这个时空的人，而是来自一千年以后。在那个时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早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才会对历史进程了若指掌。赵岩终于把自己心底最大的秘密讲了出来，同时也再次感到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一个秘密藏的时间太久，慢慢的会变成一种心病，而猛然倾诉出来的感觉，简直是太爽了。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这种畅快的感觉。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 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 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秘密，等一下，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这时，连阿姑大爷有些晕了。之前的心中虽然有一个模糊的猜想，但是亲耳听到赵岩说出真正的原因时，他却又感觉脑子里乱成一团。 一时间根本理不清其中的条理，至于乌庆买却是完全糊涂了，根本不明白赵岩在说些什么。看到他们还是不明白，赵岩当下叹了口气。不过他也知道双方的代沟实在太大，所以只见他干脆蹲了下来，抽出防身的腰刀，在地面上画了一条长线，然后又画了几条横线，并且在上面标注好了朝代道。我们呢？ 把时间看作是一条线，太向前的暂且不说，我们可以从秦朝开始算起。接下来是汉、晋、隋、唐、宋。说到这里，只见赵岩忽然抬头看着阿古打，笑道：“阿古打，你可知道宋之后又是什么朝代啊？你、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大宋还没有灭亡呢。” 怎么会知道宋之后的朝代呢？吴、嗯、奇白这时再次开口道：“其实赵岩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也并不是他的理解有问题，只是赵岩是个千年后的人类这件事太过震撼，所以让他本能的不敢接受。嗯”不知道。 阿古、啊、打这时却是眉头紧皱着回答道：“他这时已经冷静下来，对赵岩的来历也开始在慢慢的接受了。宋辽西夏三国并立，不过后来随着你们金国崛起，辽国被灭，于是就变成了宋金夏并立。可惜你们金国呢，也只是昙花一现。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很快灭掉你们金国，并且建立了一个大元朝。” 结果，这群更加凶猛的蒙古人四处征战。我大宋虽然坚持多年，但最终也倒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于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原，可惜他们的底蕴太差，仅仅统治了不到百年就被推翻。汉人建立了明朝，明朝统治了几年，但却被再次崛起的女真打败。于是呢，建立了清朝。 后来清朝灭亡，出现民国与共和国，而我前世生活的年代就是那个共和国时期。赵岩简单的把宋之后的朝代介绍一遍，道，并且直接点明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 哦，难怪你会如此恨我们女真人，原来在你们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两次统治过你们汉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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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达这时却忽然狂笑道：“他已经完全明白赵岩的来历，虽然他还不知道赵岩为什么会从后世来到这个时代，但这并不是重点。是啊，你们女真人本来有两次机会统治我们汉人。” 可惜，因为我的出现，这两次机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女真人了。赵岩这时却笑呵呵的道：“前世时空的历史，他自然无力阻止，不过这一时空的历史却已经被他完全改变，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赵岩的话音刚落，阿、啊、古大笑声也是戛然而止，脸上笑容也一下子变得狰狞无比。 目光凶狠的盯着赵岩，怒吼道：“不错，全都是因为你，让我们女真人再无绝起之。为何上天要把你带过来？难道老天爷想灭掉我们女真人吗？”对于阿姑达的猛然发怒，赵岩却表现的无比镇定。只见他笑呵呵的等到阿姑达把话说完，然后这才开口道：“其实我也想知道老天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时空来。” 所以，我之前拼命的折腾，把原本我熟知的历史变得一塌糊涂。本以为会有神鬼之类的东西阻止我，可惜我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所以，我觉得前世的历史可能是老天犯下的一个错误，于是就派我来改正他原来的错误，让历史回到了真正的轨道上。你才是错误，你的到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老天却瞎了眼，就让你活到现在。 阿古塔这是再次怒吼道：“本来不知道赵岩前世的历史时，他还不怎么愤怒。可是当得知自己后来的女真族将有大前途，却被赵岩一手破坏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崩溃了。看着愤怒无比的大哥，再看看面前这笑呵呵的赵岩，乌启迈这时终于理解了赵岩的来历。” 只是他却没有像阿古打那么愤怒，反而感到一阵又一阵的无力，因为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竟然如此的强大，双方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只能感觉深深的恐惧与无奈，哪还顾得上什么愤怒？啊？看着面前暴跳如雷的阿古打，赵岩却是得意一笑：“是不是错误呢？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历史已经被我完全改变，而且你们也要死在这里，并且将我的秘密一并带到地下去。赵岩说到这，开始站起身来，把之前搬到这里的箱子挪动起来。这些箱子的数量很多，赵岩把这些箱子一个个搬到阿姑大兄弟二人身边，几乎是把他们围了起来。然后又从箱子里拉出一根根导火索。那至于箱子里的东西呢？ 自然就是威力巨大的火药，这也是赵岩为阿古大兄弟准备的死刑。当他们听完自己秘密之后，他们就会点燃火药，连同这个石室一起炸掉，将秘密永远的埋葬在地底。 就在赵岩搬动着火药箱子的时候，阿古达因为情绪失控一直在咒骂着赵岩，反倒是乌气买表现的十分安静。可是当赵岩把火药全部摆好，阿古达却安静下来，只是用一种冰冷的目光盯着他。而这时的乌气买却是用一种颤抖的声音对赵岩道：“越王，你在做什么？” 这些箱子里又是什么？吴奇迈，你给我闭嘴！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赵岩只是打算让我们与他的秘密陪葬，只是没想到越王你还真是大手笔呀、啊！为了处死我们，竟然搬来这么多的火药，而且刚才还与火药共处一室。难道你就不怕火药因为意外爆炸，使得你这位尊贵的越王殿下也一起和我们陪葬吗？ 阿古达先是对乌庆麦怒吼，然后又转向赵岩说道：“说话时语气也变得十分冷静，两只眼睛像狼一样闪烁着幽深的目光。当年为了灭掉你们这些威胁，我可是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可惜你们女真人还是像野草一般，杀了一批，很快又站起来一批。不过现在总算要清理干净了。至于在你们身上浪费点火药也没什么。” 赵岩听到阿古打这些话，却是笑呵呵的道，同时手上的动作没停，将所有的导火索都绑在一起，然后又拉出一根很长的导火索，这根导火索将拉到门外再点燃，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安全的离开。好了，你们的刑场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按照行刑的规矩，你们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 赵岩这时手中拉着最后那根导火索，然后站直了身子，对阿古大兄弟道：“对于赵岩的询问，阿古大却是对他冷眼相待。至于乌气麦，这时好像再次感受到无边的恐惧，哪怕是被绳子紧紧捆着，也依然可以看出他在发抖。” 只是他几次张口，却什么都没说出来。赵岩静静的等待片刻，看到阿古大兄弟都不出声，于是无奈的耸了耸肩，这才拉着导火索离开。当他沿着地道上来的时候，发现赵信他们都老老实实的守在外面。当看到他上来的时候，赵信立刻迎了上来。不过赵岩却冲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带着人跟自己都出去。出了御书房。 赵岩这才将导火索点燃，然后迅速的撤离开安全地带。结果最后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同时脚下也传来剧烈的震动。本来就破败不堪的御书房也一下子倒塌下来。阿古塔他们兄弟也带着赵岩的秘密，永远的被埋在下面。谢尔啊，你对倭国的了解有多少？ 正在想着心事的赵岩忽然对车厢里的赵信开口问道：“刚才他忽然想到倭国的问题，这些年他主要的精力都被西夏、北辽和金国这些强敌所吸引过去。对于倭国，他虽然知道一些，但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倭国，父亲，你怎么会对这个岛国感兴趣呢？”赵信听到这，却是惊讶的道。 他对倭国的确十分了解，因为他们大宋皇城司周边各国都有细作打听情报。以前他在皇城司京城总部做事，经常接触到各国情报，其中就有倭国的情报。咱们周边已经没有什么强敌了，接下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海洋的开发。其中南阳那边呢，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西边航线也打通了，所以我想再往东打通一些航线，这样就可以直达到。 南北美洲，我国刚好位于大海之东，而且据我所知，那里有一条洋流可以直接到达南北美洲，所以若是有必要的话，倒是可以把那里占据，最少也要占据一些重要的港口，以方便日后的航线运行。赵岩开口解释道：“当然，这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并没有说。父亲，您想的也太远了。” 看来我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赵信听到这，却哀叹一声道：“其实他的政治眼光也不差，否则不会轻易的说动耶律奴商投降。只是他的眼光还是有些局限性，缺少一个大局观，这点比他大哥赵家要差得多。政治眼光可以历练，你要是想要往政治上发展的话，我可以让你堂兄给你安排个职位，先从县令开始做起。” 几十年后，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宰相。你要不要试试啊？赵岩这时半认真、半开玩笑的道：“其实他倒是希望赵信老老实实的去做个县令，这样至少比他现在待在皇城司四处乱跑要安全的多。不过以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恐怕是死也不会愿意去老老实实的做个地方官。”果然，只见赵信听到赵岩的话，却是一吐舌头，十分嫌弃了道：“算了吧。” 我才懒得去做什么县令，而且老爹，你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大宋官员来源虽然有很多渠道，但最正规的还是科举。若你不是进士出身，哪怕我是皇族，做个官同样受人歧视。我自问没有考进士的本事，所以呢，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赵信的话中透露出大宋官场的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官员出身决定了他的地位。 一般只有走科举才被认为是做官的正途，其他的像是立转官或是印补官员等，在官场上其实是很受歧视的。同样的政绩，进士出身官员可以升迁，其他出身官员就得不到升迁，因为上头审核的官员大都是进士出身，这显然对其他官员十分不公平。对此，赵岩也曾想过办法解决，可惜效果都不大，最后只能在科举上想办法。 现在的科举除了考试儒家经义以外，也要考一些自然科学，另外还有政绩方面，尽可能的从考生中挑选出一些实用性人才。不过这依然无法解决官场上出身受人歧视的问题。你做个官还挑三拣四的？你看普通百姓人家想做官还找不到门路呢。赵岩听到这，故意瞪了儿子一眼。 当然，他并不是真生气。不过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他的那些儿子中竟然没有人对做官有兴趣，这点倒是和他都挺像。只是他却是身不由己，哪怕不喜欢做官，最后依然陷入到官场的极力漩涡之中，无法自拔。赵信不想和父亲再纠结做官的事情了，于是转变话题，开始向赵岩介绍起倭国现在的情况。 说起来，这倭国呢，也是刚刚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本来掌管这倭国中央权力的平氏，被袁氏的源赖朝打败，于是袁氏一跃成为于倭国的第一贵族，而源赖朝呢，则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并且建立了镰仓幕府，这也标志着倭国幕府时代的到来。 不过，元赖朝虽然建立了镰仓幕府，但是他这个人性多疑，这点与后世的朱元璋极为相似。在幕府建立之后，开始大肆的屠杀有功之臣，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弟弟元义经，另外还有不少战功赫赫的武将都被元赖朝以各种名义杀死或流放。 原赖朝杀害空臣的做法，无非就是稳定自己的统治。只是他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增强了他对幕府的统治，所有政令都不折不扣的执行，但其实却是大大的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另外，在镰仓幕府建立之初，日本天皇也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通过政院依然可以下达政令。 手中也掌握着不少军队，如此一来，倭国就出现了天皇与将军两方的实力并立的局面。而且天皇担心袁氏成为第二个平氏，于是一直想要控制幕府。只是因为之前袁赖朝的实力太强大，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在袁赖朝大肆屠杀功臣，导致自己实力减弱，天皇那边也是蠢蠢欲动。倭国内部也正酝酿着一场大变。如此看来。 如果我们现在就出兵攻打倭国，很可能会引起天皇与幕府的同仇敌忾，然后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大军。这倒是在间接上帮了他们一次。赵岩听完之后自语道：“父亲说的不错，从我看到这些情况来说，早几年或晚几年都是攻打倭国的好时机。可惜偏偏现在不适合派兵，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现在天皇和幕府之间的矛盾重重，若是能够派人去暗中挑拨一下，很可能让他们提前爆发战争。到时咱们大宋在这场战争中左右逢源，说不定根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控制住整个我国。 赵信这时也是大声开口，说到最后，他脸色涨得通红，眼睛终于露出跃跃欲试的神色。对于他来说，若是能够一手挑拨起倭国内乱，这种成就简直太让人着迷了。赵岩与赵鑫父子二人乘坐着马车到达大定府，然后从这里换乘火车，一路向东京而去。 大宋正在进行一项全国铁路网的工程，主要是以东京为交通枢纽，向全国各地重要区域铺建铁路。其中，东京到辽东的铁路已经修建到大定府，正在准备修建大定府到林皇府这一段，最后这条铁路一直到达黄龙府，从而将整个辽东牢牢的掌握在手中。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火车的速度虽然比马匹快上不多，但好处却是可以日夜不停的前进，因此速度自然要比马车快得多。几天后，赵岩他们终于到黄河北岸的渡口，只是到这里时，他们却必须从火车上下来，因为黄河和长江这两条天堑上还无法修建大桥。 至少大宋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如此一来火车自然无法通过，所以只能在河的两岸都修建火车站，然后用专门的蒸汽船运输火车上的人和货物。渡过了黄河以后，赵岩他们再次坐上火车赶往京城。这时呢，已经是初秋时分了，辽东那边已经有些凉意，但是开封附近却还是秋老虎肆虐。赵岩在车上就不得不脱下厚衣服。 换上轻薄的夏装，等到火车到达京城之后，赵岩立刻带着赵信进宫见赵旭。三叔啊，金国终于被灭掉了，你也总算不必为北边的事情而费心了。赵旭听说赵岩要回来，亲自来到宫门前迎接，刚一见赵岩，立刻兴奋的大叫道：“是啊，这趟啊总算没有白跑，终于把我多年的心愿给完成了。” 这段回来的路上，我感觉睡觉比平时都要香甜。赵岩这时也是笑呵呵的道：“除掉了金国这个隐患，他也感觉一身的轻松。”他说：“睡得比较安稳，也的确没有夸张。”赵旭听到这也是哈哈一笑，然后拉着赵信大笑道：“性格，你可真是一鸣惊人呐、啊！这一次能够顺利的灭掉金国，你可是立下了首功啊！”哎呀。 功劳什么的我不在乎，陛下，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就行了。赵信这时却是笑嘻嘻的道：“他虽然是赵旭的堂兄，不过在这种公开的场合下，他可不敢直接叫赵旭堂弟，毕竟君臣礼仪还是要遵守的。”信哥，你不会是想让我同意把你派到敌国去挑事儿吧？不过这我可做不了主啊，至少得三叔同意才行啊。 赵旭不愧是对赵信最了解的人之一，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要求是什么。你放心吧，路上父亲已经被我说服了，现在只需要你同意，然后令黄承思全力配合我就行了。赵信却是自信满满的道：“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 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 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 都，赵旭听到这里也惊讶的看向赵岩，而且这时只见赵岩只是点了点头。这件事我的确同意了，不过这里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到垂拱殿再详谈吧。当下赵岩三人一起来到垂拱殿，因为没有外人，所以赵旭直接请赵岩和赵信坐下，然后急不可耐的对赵岩问道：“三叔，您不是反对信哥四处乱跑吗？这次？” 怎么突然同意了？你信鸽的厚脸皮你还不知道吗？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他进入黄城司，结果现在他脸皮更厚了，死皮赖脸的缠着我，我不答应也不行啊！赵岩这时却是故意的损赵信道，不过他的话也是半真半假。他之所以答应赵信亲自处理这件事，除了赵信自己的要求之外，他也觉得让赵信去祸害一下对方。 也算是带他这个做父亲的出了气。三叔，信哥到底要去什么地方？赵旭听到这，有些迫不及待的开口问道。按说大宋周围已经没有什么强敌了，西边的塞尔柱突厥人倒是够强大，但是他们距离大宋实在太远，而且人种肤色也不一样，赵信去那里显然有些不合适。倭国，父亲同意我去倭国了。 赵信这时却是兴奋的抢先开口道：“倭国对于大宋来说，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国家，而且因为他们是岛国的原因，对大宋也没有什么威胁。但毕竟也是个完整的国家，比之高丽、大理相差无几。所以，若是能够以一己之力把倭国搅得天翻地覆，也是一种极大的成就。”倭国那么穷的岛国，咱们要来有什么用啊？ 赵旭听到这，也不由得有些奇怪的道：“对于倭国，他还真没怎么留心，只知道大宋的海贸中有一部分是向北方交易，而北方交易的主要对象就是高丽和倭国。只是倭国人穷地少，交易量一时上不去，反倒是高丽发展的很快，与大宋的交易年年上升，现在已经达到了倭国的数倍。所以在赵旭的心中，倭国也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穷国。” 倭国穷是穷了点儿，但也并非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倭国人空手是宝山而不自知罢了。赵岩说着，把自己准备开发东部航线的事情讲了一遍。他所说的从日本直接到达美洲的洋流，其实就是后世被称为黑潮的北太平洋暖流中的一环。 船只进入这条暖流之后，只要不遇到太过恶劣的自然灾害，一般都可以安全的到达美洲。而这条洋流的起点正是位于倭国沿海。听完赵岩上面的分析，赵旭也是赞同的，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啊！除了那块完全被冰雪覆盖着的南极洲之外，也只剩下南北美洲还没有被我们大宋的船队到达。” 大哥上次写信回来，还说要从欧洲直接去美洲转一转。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可能比大哥还要早一点到达美洲。什么？佳儿他竟然要从欧洲直接去美洲？赵岩听到这，却是大笑一声，道：“脸上也露出了气愤的表情，因为他与赵家之间也经常写信，但却没听到他提过这件事。显然，这是赵家在故意瞒着他。” 呃，这个。赵旭看到赵岩生气的样子，也暗叫糟糕，因为他忽然想起赵家在信上让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三叔，可是刚才他却一时嘴快说了出来。看三叔生气的样子，恐怕大哥他要有苦头吃了。不过，当看到赵岩脸色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愣。 幸好赵岩看到家人后，立刻露出高兴的样子，这也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不过等到接风宴后，曹颖还是把他拉到书房，问道：“夫君，本来应该是十分高兴的事情，为何之前却又显得十分生气呢？”其实，就算曹颖不问赵岩，也要找他商量。当下，只见他再一次露出生气的表情，道：“还不是咱们的好儿子啊！” 我让他把欧洲给稳定下来，再回大宋。可他倒好，竟然暗中计划着直接从欧洲去美洲，然后绕过美洲回到大宋，并且还故意瞒着我。要不是雪儿今天不小心说漏了嘴，恐怕我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呢。哦，原来是这件事啊！曹颖听到这，却是毫不意外的点头道。 呃，娘子，你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啊？赵岩一听曹颖的话，当即有些不满的道：“他本以为只有赵旭一个人知道，却没想到竟连曹颖也早就知道这件事。夫君不必生气，佳儿的确在信中向我提到过这件事情。他之所以不敢告诉你，其实也是怕你不同意。不过……” 我觉得孩子都已经长大了，甚至连孙子孙女都给咱们生下来了，所以他们想做什么事情就让他们去做，夫君也不要管得太严。曹颖这时却是开口劝道：“其实，在教育儿女方面，赵岩有时显得太过溺爱。小时候还没什么，可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想法，赵岩却总担心孩子们遇到什么危险。” 希望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以后的生活。如此一来，父子间虽然不能说产生矛盾，但至少还是有些分歧的。可是，可是他们都太年轻了，年轻人做事冲动，没轻没重的，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呢？赵岩这时有些不甘心的道。 道理方面他都懂，只是身为一个父亲，他还是无法适应孩子们长大之后，需要他从一个保护者变为一个支持者与引导者，而不是事事都由他帮孩子做决定。父亲，人都是从年轻的时候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走过来的，难道父亲年轻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只要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愿意去做，那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吧。 也许这期间难免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不可能保护孩子一辈子。人总要经历风雨才能长大。曹颖这是再次开口劝道：“她虽然是个女子，但性子却比较豁达，而且又从小受到良好的女儿教育，懂得如何教导儿女，这点比赵岩要强得多。”这已经不是曹颖第一次如此劝说赵岩了，不过赵岩每次的感受却不一样。 特别是这几年，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比如赵岩也像赵家那样急于想要到外面闯荡一番，这让赵岩也深刻的体会到儿女们真的长大了，需要给他们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的翱翔。想到这里，赵岩不由得叹了口气道：“好吧，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错了，佳儿和信儿他们也的确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不该把他们管得这么严。” 日后若是我还犯这样的错误，娘子别忘了提醒我。哼，夫君已经做得很好了，孩子们在你的教导下都十分懂事。比如佳儿和心儿，他们虽然被夫君限制一些自由，但他们也都知道这是夫君在为他们着想，所以他们可从来没有对夫君有什么怨言。曹颖听到这，也不由得再次笑道：“其实他说的都是实话，相比其他男子。” 赵岩在家庭方面花费的心思已经太多了，有时连他和薛宁儿这些做娘的都感觉不如赵岩操心，这在别人家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十分的满足。听到妻子的夸奖，赵岩也不由得感到高兴起来。刚好这时，他忽然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于是开口道：“娘子，前段时间燕儿一直说想去欧洲找嘉儿。” 刚好咱们现在到欧洲的航线十分成熟了，家儿那小子又一心的想要环球旅行，所以我想不如咱们一家就去欧洲转一转。到时呢，我帮他处理欧洲的事务，让他可以专心的陪一陪嫣儿，另外也可以准备一下环球航行的事情。另外，咱们一家呢也能好好的散散心。广阔的大地上，一条如长龙般的巨型河流正在不停的奔涌。 这条正是哺育了中原文明的母结河——黄河。不过说起来，黄河本名应该叫大河，只是后来因为上游的植被被砍伐，导致水土流失，河水变黄，于是就更名为黄河。至于何时改名，已经不可考量。不过在唐朝时，黄河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古诗的史书之中。 本来到了大宋这个时代，黄河水比以前唐时更加浑浊，河底开始逐年抬高，眼见着已经有了地上河的趋势。不过赵岩穿越后开始注意黄河两岸的水土保持，多次发而禁令，严禁任何人砍伐黄河两岸的树木，以及在河岸放牧，甚至还鼓励各地植树造林。如此一来，黄河水虽然没有变清。 但至少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加浑浊。相信只要坚持的治理下去，也许几百年后会再次出现一条清澈的大河。赵岩之所以注意黄河水域的保持，除了后世所带来的教训之外，另外还有黄河对大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铁路出现以前，大宋的南北交通主要都是通过运河完成的，而黄河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若是黄河出现问题，东京城对外的交通可能就要瘫痪大半，甚至整个北方的运输环节都会出现大的问题。 不过，随着火车的出现，黄河水道的运输虽然依然重要，但却已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现在，黄河沿岸已经出现一条平行的铁路线，可以将人与货物运输到各地。现在，若是从上空向下俯视，就可以看到一辆火车正沿着黄河边的铁路向东方疾驰而去。一哥，没想到这次竟会遇到你也去山东，这可真是太巧了。 在一节专门的车厢里，赵鑫一脸兴奋的对面前一个青年人开口道。只见这青年人身材挺拔，五官俊美，长得一表人才。若是赵岩在这里的话，肯定会十分的感慨，因为这个青年人竟然与他亡故的大哥赵旭有着七八分的相似。事实上，这个青年人正是赵旭的长子赵毅。是啊，我也没想到竟这么巧。说起来呀、啊，咱们都快两年没见了吧？ 赵毅这时也是一脸微笑的道：“赵毅是赵旭华指的儿子，而且还是赵旭的长子。当初赵岩帮助赵旭挑选皇位继承人的时候，赵毅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他母亲华指是党项人，这也导致了他第一个被赵岩否决。不过他依然也是赵岩的学生，从小接受是新式教育，而且和赵家一样，先是从格物学院毕业，然后又进入军校中学习。” 只是赵家去了海军，而他却在陆军学院中学习。两年毕业之后，加入军中，平时很少回京。这也使得赵信在这两年都见过他，却没想到竟然在这次去山东的火车上偶遇了。义、嗯、哥，这两年你在军中都做些什么呀？为什么连过年都不回来？赵信这时十分兴奋的再次追问道。 赵毅的年纪比赵家小一些，与赵信是差不多的。当初在小学时，他们两个关系很不错。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母亲都不是汉人，相似的出身使得他们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其实呵呵也没什么。军校毕业之后呢，我就加入军队。不过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就改名换姓的进入军中。 两年前一直在西域那边清剿匪徒，今年才刚刚调回来。赵毅笑着开口回答道：“两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不但皮肤变黑变糙，气势也变得更加沉稳。相比之下，与他年纪差不多的赵信就显得要跳脱一些。”原来你去了西域啊！ 听说那边虽然已经被打下来，但是盗匪却多如牛毛。那里的驻军经常出击打击盗匪，任务十分繁重，难怪易和你没时间回来。赵鑫听到这也露出恍然的表情，不过紧接着他又有些好奇的追问道：“易和那你这次为什么要去山东啊？”赵鑫他们乘坐的这辆火车就是去山东登州的。 本来他是在东京一个人上的车，可是当火车走到东京西路，却看到赵毅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当下他急忙跑出去相见，兄弟二人这才凑到一起，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当然，因为赵信的身份特殊，这节车厢也只有他们兄弟俩。听到赵信问起自己去山东的原因，赵毅却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笑着端起茶杯品了一口，并没有直接回答赵信的话，而是反问道。 信弟，你这次又为何去山东啊？赵信道没什么隐瞒，听到这立刻回答道：“我并不是去山东，而是要借道山东，从登州出海，然后会和朝廷派来的海军一起去倭国。之前我爹和陛下已经商议过了，准备在倭国建立一个港口。不过倭国肯定不会甘心把自己的国土让给咱们，所以我这次呢。” 就是代表皇城司去哪里，然后想办法挑起倭国的内乱，这样我们才能浑水摸鱼。一个小小的倭国而已，直接派兵灭了不就行了？为何还要费这个力气？啊？赵毅听到这，却是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神色间似乎对这件事情颇有些不以为然。呵呵这倭国呢，虽是个小岛，但是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内乱，国内的兵力比较强盛。 而且我们只需要在倭国建立几个重要港口，对倭国本身并没什么兴趣。再加上倭国又比较穷，派兵占领有些得不偿失，所以父亲他们才不愿意派大军前去。赵信这时笑呵呵的解释道：“他只顾着高兴了，根本没有注意到赵毅的神情有什么不妥。”赵毅这时似乎也觉察到什么，当下转而一笑。 原来如此，啊，还是三叔和陛下想的周到。不过信帝，你什么时候加入的皇城司啊？而且你堂堂一个皇族加入皇城司，是不是有些失了体统？这些事情，三叔怎么会同意的呢？赵毅在提到皇城司的时候，神色有些不大自然。 不过赵家这时只顾着高兴，当下十分兴奋的把自己加入皇城司的坎坷之路讲了一遍，还特别说明了自己加入皇城司后立下的汗马功劳，这让赵毅在震惊的同时，脸上的神色变得更加不自然。幸好赵信只顾着讲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一哥，你这次去山东做什么呀？ 赵信讲完自己的事情之后，于是再次开口道：“几年不见，他对赵毅的事情也十分好奇。之前听赵毅说他在西域，可是现在又为何跑到山洞来呢？”嗯，只见赵毅这时犹豫了片刻，不过很快开口道：“本来这件事情呢，我是不应该告诉别人的、啊。不过，信底，你既然是黄城思的人。” 想必也应该听说过这件事，那就是封禅的事。封禅，赵信听到这不由得精神一振。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合起来自然就是祭祀天地。而封禅的地点一般都在泰山。 因为古人认为泰山最高，距离老天自然也是最近，所以作为天子的帝王，想要得到上天的承认，就要到泰山上祭祀天地，从而向天下表明自己受命于天。自从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并且亲自到泰山进行一场封禅，从而确定自己皇位之后，封禅就成为后世帝王标榜自己功绩的一种盛大典礼。 不过封禅也不是什么皇帝都能举行的。按照太史公的说法，至少需要满足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这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能够封禅的皇帝几乎无一不是威名赫赫之辈，比如秦皇汉武、唐高宗、唐明皇等人。先不说这些皇帝是否都是明君，但至少都有几件拿得出手的政绩。 不过，在这些封禅的皇帝之中，却有一个异类，那就是大宋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这位崇信佛道的皇帝，没什么功绩可言，却又想着借着封禅弥补自己兵败辽国而造成的打击，于是就自导自演了一出天降天书的骗局，然后举冲冲的跑去泰山封禅。 结果把好好的一个封禅搞成了一场闹剧，这也让后世的赵氏子孙深以为耻。当年赵延父亲赵曙灭掉西夏之后，就曾有大臣建议他封禅于泰山，但是赵曙想到宋真宗那场闹剧，又想到大宋最强的敌人辽国未灭，所以就没好意思同意。赵曙去世之后，赵旭登基。 可惜赵旭却被变法迷了头，结果在位之时一直忙着变法，最后也没能成功。结果自然没有可以封禅的功绩。不过相比之下，赵旭却是好运气，他坐拥祖父和父亲给他留下的深厚基础，很快就将大宋治理的井井有条，之前又趁机灭掉辽国。 前段时间又灭掉最后威胁的金国，再加上在其他方向的扩张，使得大宋的领土几乎达到极限。这种功绩比之历史上秦皇汉武丝毫不逊色。如此一来，封禅也就顺理成章，而且此次封禅也能挽回一下赵氏皇族在上次封禅时丢下的脸面。 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 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下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明老鱼。 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一长，未来的海军统帅。我听说过这件事情。说起来，这件事情还是我父亲在陛下今年生日的时候向他提出的。 说是送给陛下的礼物，因为据我所知呢，陛下对于封禅其实并不怎么在乎，他在乎的是可以借封禅这件事跑出来转上一圈说起来真是为难陛下了，明明比咱们还小几岁，可从小就受到种种的约束，没什么自由可言。要是让我过陛下的日子，恐怕用不了一年，我就得发疯。赵信说到最后也不禁连连摇头，他和大哥赵家一样。 都对赵旭抱有一种同情的态度。也许在别人看来，赵旭是九五至尊，但是在赵信眼中，赵旭却只不过是个失去自由的可怜人罢了。陛下虽然失去自由，但却也得到天下间最为尊贵的地位和最强大的权利，这也算是有得必有失吧。 赵毅这时却语气飘忽的道，而且在说话之时，他眼睛也一直看向窗外，脸上的表情十分模糊，让人猜不透他现在在想些什么。大哥，封禅可不是件小事啊，听说整个流程全部由礼部那帮老学究负责，您怎么会跑去泰山呢？赵信这时再次露出很感兴趣的表情，开口道。 封禅有着一整套的礼仪，而且还必须遵循古礼。赵毅虽然是赵旭的大哥，但好像也很难插手像封禅这样的事。呵呵我可不懂封禅那些繁琐之极的礼仪。只不过，陛下去泰山肯定要求百分百的安全，除了随行的护卫，之前还必须有人提前到泰山调动当地军队配合，另外也要将泰山周围可能发生的危险统计下来，以便做好应对之策。 这种事情必须由一个绝对可靠的人来处理。刚好我有事回京，结果陛下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了。赵毅大笑一声道：“似乎是对自己能够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感到十分得意。”原来如此啊，一哥，你是陛下的亲大哥，就像大哥和我一样，所以在陛下心中，你自是他最信任的人。 而且你又在军中待了两年，对军中事务肯定十分熟悉，由你来做这件事情最合适不过了。赵信听到这，也露出恍然的表情。赵毅原来是帮赵旭来打前战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一些可能存在的危险记录下来，能解决解决，不能解决。 就通知朝廷，这件事关系到日后赵旭来泰山的安全，按理说应该要严格保密才对，难怪刚才赵毅会露出犹豫的表情。接下来赵信又询问一下关于封禅的具体事宜，他以前虽然听说过一些，但知道的并不清楚，对此赵毅也一一做了回答。 直到这时，赵信才知道，原来封禅虽然早就已经得到朝廷上下的共识，但是这件事关系重大，需要做的准备也十分繁琐。所以，别看赵毅现在要去泰山附近准备，但其实距离真正封禅，最少还要有一年多的时间。光是准备就要提前一年多呀，这简直可以和一场国战相比了。 赵信听到这，也不由得有些啧舌，自语道：“之前他们攻打金国时，事先做的准备也不过才一年多，可是现在仅仅一场封禅就要准备这么长时间，由此可知封禅的复杂与繁琐。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出大宋对这场封禅是如何的重视。”火车到了泰安的时候，赵毅与赵信一起下了马车。 本来赵信是要去登州坐船的，不过既然遇到了赵毅，自要多盘桓几天。反正去倭国的事情不是特别赶急，另外呢，他也没来过泰山，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见识一番。对于赵信留下来的事件，赵毅并没有特别表示。 当然，表面上他也表现的十分热情，而且还特意抽出时间陪着赵信去爬了泰山，一路上不停的帮赵信介绍泰山的美景。说起来，他虽然是第一次来泰山，但事先却做了不少的准备，因此对泰山以及周围的情况都是了若指掌。吃了几天有名的泰山煎饼，而且也尝了一下泰山最有名的豆腐宴。 赵信也是时候离开了，毕竟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对此，赵毅也表示，以后有时间可以再聚。于是，赵信最后终于依依不舍的登上了火车。登州距离泰山并不算太远，乘着火车大概大半天就可以到达。这里是大宋北方最繁华的港口，没有之一。 因为很多南方运输船都会在这里停靠，然后将货物搬上火车运往北方内陆，可以说这里是南北方海运交通枢纽。因此，当赵信到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的也是一片车水马龙的景象。城市中繁华的景象几乎都能够和东京城相比了。来到登州以后，立刻有黄城寺的人来和赵信接洽。 然后安排他来到登州港旁边的军港，这时军港中已经有一支舰队在等着他。而当见到率领这支舰队的将领的时候，也不由得惊喜交加的大叫一声道：“成哥，怎么是你啊？<laughs> 我就知道会吓你一跳，是不是有种惊喜若狂的感觉呀、啊？” 只见眼前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将领，这时也是大笑一声道：“年轻的脸上满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笑容，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统帅海军的将领。”这个年轻将领名叫李成，正是赵信的大哥赵家在军校时的至交好友。李成也同样是将门出身，他们李家虽然不像曹高两家那么显赫，但也是有名的将门。 而且李成在军事方面极有天赋，与赵家一起毕业之后，他就加入到南洋舰队，四处征战。很快就积累军功，升为一支舰队的统领，也是海军中最为年轻的舰队统领，号称是大宋未来的海军统帅。这次赵信去倭国，就是由李成率领舰队辅助。<laughs> 的确，是吓了一跳。 算起来，我也有好几年没有见到成哥你了，不过却经常听到成哥你的大名。大宋未来海军统帅这个名字可是早就传遍京城了。听说京城里的将门子弟都把成哥你当做偶像啊！赵信这时也是大笑道：“李成是他大哥赵家的朋友，以前经常去越王府上玩，所以与他们兄弟都十分熟悉。现在能够在这里重逢，自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哎呀，什么狗屁未来统帅呀、啊！现在上头啊都快被我给气死了，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从南洋舰队调到北海舰队来。李成却是满不在乎，一摆手，他可不在乎什么未来统帅的名头，甚至若不是家里一直逼着他，他说不定早就跑去欧洲赵家那里泡那些金发美女了。呃，成哥，你又惹了什么祸呀？竟让上头生这么大的气？赵信听到这。 不由得一愣，道：“他了解李成的性格，知道这位兄长虽然军事才华横溢，但却十分的任性乖张，性子上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惹祸更是常有的事情。这里要说明一下，大宋的海军经过数次改革后，主要分为三支舰队，其中北海舰队主要防御大宋的近海，另外还有南洋舰队和远征舰队。” 其中，南洋舰队主要负责南洋一带的进攻与防御，而远征舰队则是新成立的，主要是负责大宋和天竺、非洲、欧洲等地的攻略。因为三支舰队的责任不同，所以实力也不一样。其中，北海舰队只负责防御，所以实力不强，立功的机会也少。相比之下，南洋舰队和远征舰队却是实力强大，立功的机会也多。 这两支舰队的将领自然升迁也快，李成竟然从南洋舰队调到北海舰队，这肯定是惹祸被贬了。什么叫惹祸呢？我呢，只是和南洋的一位酋长的女儿谈了场恋爱，然后一不小心呢，就有了爱的结晶，结果对方那个酋长老爹竟然发了疯，非要与我们决一死战，结果引起了一场小麻烦而已。 李成这时却是轻飘飘的道：“赵信听到这，却有些汗颜。以他对李成的了解，这种事情恐怕只有他做得出来。”说起李成这个家伙，好色如命，以前在京城早有风流之名。后来成年后四处留情，而且这家伙是荤素不忌，连南阳土人都下得去口。据说他家里养的女人呐、啊，已经过百，黑的白的，各个种族都有，这让人不服都不行。 想到这个好色如命的家伙要和自己一起去倭国，这让赵信不禁有些担心。成哥，上次大哥写信和我说，杨哥好像也去欧洲了，听说那边有不少美女，你为什么不去那里呢？不过赵信也是年轻人，很快用开玩笑的语气道。 他所说的杨哥正是赵家的另一个好友杨世亮。前段时间，杨世亮也去欧洲帮赵家稳定那里局面。一听赵信提到这件事，李成立刻露出一脸气愤的表情。你以为我不想去欧洲吗？那里不但是你大哥的地盘，而且全都是金发碧眼的美女，我做梦都想去呀、啊。本来我和世亮兄已经约定好了要去欧洲，可是这件事不知道怎么的。 就让我爹知道了，结果他说：“呀，我在南洋舰队的前途远大，若是去了远征欧洲舰队，还要从头再来，所以非得逼着我留下来。”而且还说：“我要是敢去远征舰队，他就要把我逐出家门，不认我这儿子。”再加上我娘又特意跑到我那里哭了好几天，你说我还怎么去欧洲？李成说到最后呢，脸上也露出无奈的表情。 他虽然好色，但其实也是个孝子，所以也不忍心拒绝父母的要求，这才只能留了下来。不过他好色如命的性格还是惹了大祸，差点让南阳一个势力不小的酋长与大宋开战，为此这才被贬到北海舰队。 赵信与李成故人相见，自是有无数的话要说。为此，李成早就准备好了酒菜，然后两人边吃边聊。聊完各自私事之后，两人的话题不由自主的转移到这次倭国的事情上。于是，只见李成开口问道。 呃，信哥啊，这次进军倭国虽然是我们海军与黄城司的共同行动，但主要还是你们黄城司为主。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次进军倭国的计划是什么。<laughs> 陈哥你太客气了，这次行动呢，主要出力的还是你们海军。 至于行动的计划，虽然看起来复杂，但其实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朝廷看中了倭国的地理位置，想要在那里建造几个港口，但这肯定是会引起倭国的反对。而朝廷又不愿意花太大的价钱占领这个倭国，所以咱们这次任务呢，就先在倭国占领一个据点，然后再以黄城司为据点，在倭国中心活动。 挑起倭国内乱，从而保证他们无暇顾及我们在倭国的行动。赵信十分简要的把朝廷计划介绍了一遍，道：“说完，又向李成敬了杯酒。当下，只见李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这才开口笑道：‘原来如此啊，朝廷还真是精打细算呢、啊。’” 竟然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出。不过咱们只是占领一地，虽然可以挑拨倭国内斗，但是每年也需要投入不少的钱进去，而且日后万一倭国反扑，说不定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在我看来呀、啊，还不如一次性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把倭国灭了，这样呢也能永绝后患。成哥，你担心的也有道理，不过朝廷有自己的难处。 前段时间呢，咱们刚刚灭掉金火，虽然没有发生大战，但也需要不少兵力驻扎当地稳定局面。另外，还有西域、南洋等地都需要大量兵力驻守。再加上南洋之南的澳洲也被发现了，朝廷正准备组织人力去澳洲建立据点。如此一来，朝廷的财力也有些吃紧，所以事事都要精打细算。不过，也不用担心倭国反扑的问题，因为我将亲自。 坐镇倭国，挑起倭国内斗，从而削弱他们的实力。等到他们力量降到最低的时候，朝廷也应该缓过手来，到时再灭掉他们也不迟。赵信这时却是无奈的解释道。 其实赵信说的话也不全是事实，真正的原因是攻占倭国主要是为了开拓东方航线，但是这只是赵岩的一言之词，根本没有经过朝堂上大臣的讨论，有些人对此还是有些异议，所以想要让朝廷多拨款呢，并不太现实。哪怕有赵旭支持也一样，所以赵旭和赵信商议过后，还是决定先在倭国占领一个港口，打通一条东方的航线。 至少也要让朝廷见到东方航线所带来的利益，到时不用他们再说，朝堂上的大臣们肯定会主动要求灭掉我国。这倒也可以啊。朝廷这几年扩张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别的不说，光是南阳那边发现的澳洲大陆啊，光是面积几乎都快比得上半个大宋了。 而且听说澳洲那边的资源也十分丰富，可惜想要开采出来呀、啊，也需要巨额的投入。可是咱们大宋就算再富足，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物力人力啊，所以只能每年投一点。估计没个几百年的话，根本不可能完全把澳洲占据下来。李成虽然是个天才将领，但对政治方面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因此他对赵信的话也十分赞同。 聊完了正事之后，赵信与李成再次相互举杯，最后两人都是喝的大醉，一直到第二天正午，赵信这才捂着脑袋起床。相比之下，李成却是早就起来了，这时已经率领着舰队在海上操练了一圈他能够成为海军中最杰出的年轻将领，治军之严谨也不是常人可比。 接下来几天里，李成带着赵信熟悉一下他手下的海军舰队，而赵信也帮着李成做了些准备。因为之前李成并不知道朝廷计划，因此舰队并没有做好相应准备。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黄城司可不仅仅是个情报部门，他们能够动用的能量也是极大，所以舰队的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赵信与李成率领舰队终于从登州军港起航。他们先是向东到达高丽国的海域，然后穿过朝鲜海峡进到倭国的海域，并且穿过倭国九州岛与本州岛之间的海峡，最后来到本州岛的东海岸南方地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海湾，正是后世的东京港。不过现在这里呢，却叫江湖湾。 因为海湾周围呢是倭国豪族江户氏的封地，至于历史上江户城却还没有开始修建，但是江户湾的名字却是已经定了下来。相比后世的东京湾，现在的江户湾还是一片没有经过开发的处女地。海湾中除了一些倭国的渔民在这里打鱼之外。 再没有其他活动。至于统治这里的江户市，则主要居住于内陆，也就是东京城西北角的方向。那里有江户市建造的居馆，其实就是一片氏族的聚集地，距离海湾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江户市虽然属于倭国的一方豪族，但其实实力十分弱小。他们属于义父氏的分支，而义父氏呢，又是武藏国和月氏的分支，和月氏则是。 栽山氏的分支属于平氏的一个支脉，从上面这些就可以看出江户氏其实只是一个地方上的小豪族，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势力。特别是现在平氏又被袁氏所灭，平氏所属的豪族也是势力大减。不过江户氏受到的影响倒是不大。 因为他们本来没什么实力，只是统治着江湖湾周围的几个小渔村，整个氏族中连套像样的盔甲都找不到。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信他们的船队到达江湖湾之后，根本没有任何顾忌，直接在江户市居馆东南方向的海岸登陆，然后派出一支军队接管了江户市的居馆，并且驱赶周围的倭国百姓。 开始建造简易的港口，以方便将船上物资卸下来。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在江湖湾登陆的事情也飞速的报往倭国的政治中心平安京。夫君，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 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 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 我沿去欧洲，夫君，你快看这边的风景真美！薛宁儿指着火车窗外的美景，兴奋的高叫道：“赵爷，闻声立刻爬到窗口向外看，只见外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稻田，有不少农夫正赶着水牛在耕种，看起来十分的安详宁静，有一种农家田园之美。夫君，还是这边美，你看这边的山势起伏，像不像是一头巨龙？” 不过，这时耶律斯在火车的另一边指着外面的风景，同样兴奋的叫道：“赵岩闻声，只得再次跑过去看一下，然后呢，也跟着赞叹几声。相比之下，曹颖和颜玉茹、欧阳婉玲三个倒是很安静。这时坐在一起品着茶，不过三人的眼睛也时不时的打量着车外的风景，嘴角也带着几分婉约的微笑。” 其实火车两侧风景谈不上多漂亮，只是薛宁儿他们平时大部分都待在京城的王府，虽然王府中的风景很美，赵爷爷经常带他们在京城附近游览，但看的久了也就觉得厌了。所以这次出京呢，他们也感觉十分新奇，再加上乘坐火车十分平稳，这也使得薛宁儿他们兴致极高，一路上几乎都是兴奋的说个不停。 赵岩看到薛宁儿他们兴奋的样子，心中既是高兴又有些愧疚。平时他们虽然有很多时间陪自己这些妻子们，可是却很少像这样带他们离开京城外出，这是他身为丈夫的疏忽。不过幸好现在还不算晚，这次他打算带着妻子们好好的外出游玩一番。薛宁儿和伊律斯兴奋好一会儿之后。 终于感觉累了，这才与曹颖他们一起坐下来品茶。直到这时，曹颖向赵岩开口道：“夫君，咱们这次真的要去欧洲吗？”“当然了，欧洲的航道早已经打通了，安全性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家人的混小子吵着要去环球航行，我看拦是拦不住了。” 不如就由我带他在欧洲坐镇一段时间，也好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不过等到航行完成之后，他就得老老实实的在欧洲待着，最好啊再多给咱们生几个孙子孙女儿，绝不能再乱跑了。赵岩说到最后孙子孙女儿的时候，脸上也露出不满的表情。说起来，赵家成亲时间不短了，可是现在却还只有一子一女，这种程度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太慢了。 夫君，欧洲好玩吗？这一路乘船会不会很枯燥？这时一向十分安静的颜月如忍不住开口道：“赵岩忽然决定要带全家去欧洲游玩，他们正好闲在家里无事，所以全都答应下来。只是现在冷静下来，却又都有些担心，毕竟欧洲离大宋实在太远了。” 欧洲那边呢，我也是只闻其名。不过那边有不少的古建筑，而且风土人情很有特色，所以游玩的地方肯定不少。而且听说那边的罗马美食很有名，特别是海里盛产的鱼子酱更是人间美味。可惜必须在当地吃，根本无法运送到大宋。至于旅途方面，更不用担心。 我让人研制了一种专门载人游玩用的客轮，上面有各种游乐设施。船只呢，使用蒸汽机做动力，速度又快又平稳，而且安全性也有保证。业余时间就能到达欧洲。赵岩这时自信满满的道。 对于这次欧洲之行，他也是做足了准备。比如那艘豪华的客轮，本来是他名下的一项产业，准备投入到客运行业赚钱，但却被他提前给征用了。还是夫君想的周到啊！竟然准备了一条船去欧洲。说起来，咱们这一家子的人可真不少。若不准备一条船的话，还真有装不下的可能呢。这时，曹颖也开口笑道。 这次去欧洲，赵岩可是当做一次旅游来做的。要去的人除了他和曹颖几人外，另外还有他的一帮儿女们，可以说是能去的都去了。这也是这些年来赵岩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这样做也便于亲情的交流。现在他的儿女们都在其他车厢里休息，难得有一次外出游玩的机会，出去转一转，总比天天待在京城里强。 而且这个世界大的很，有许多地方值得一去，比如南洋之南刚刚出现的澳洲，那里不但是风景优美，而且还有各种奇异的动物，比如那里许多动物身上都长着一个袋子。另外呢，海里还有巨大的龙虾和螃蟹，最大的龙虾据说有几十斤重，难得的美味，十分鲜美，有机会一定要去那里品尝一番。听到赵岩的一番话，曹颖等人都露出向往的表情。 他们平时虽然锦衣玉食，但是这种优越富足的日子过久了，难免会感觉有些枯燥。再加上他们又经常听赵岩提起世界各地的奇观与美食，心中不由得有些向往。现在终于可以亲眼去看一看了。火车一路前行。 赵岩一家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而且每经过一地，赵岩还特意让火车停下来品尝一下当地美食。反正这辆火车呢，是专门给他们一家安排的。一方面方便他们观赏各地风光，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毕竟普通的火车上人员复杂，天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就这样，火车是停停走走，穿越了大宋的大半个国土。 最后终于来到广州港。赵岩一家呢，曾经在这里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赵岩的大姐和二姐两家人都住在这里，所以赵岩在来到之后，特意与家人在广州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顺便也做出了出海的准备。一个月以后，赵岩一家终于登上赶往欧洲的豪华游轮，这艘新式的蒸汽船的名字就叫做“欧洲号”。 因为他主要是跑大宋与欧洲航行的，当然除了这条船外，还有十六艘蒸汽战舰随行护航。同时，消息灵通的商人听到消息之后，纷纷来到港口集结，准备尾随战舰一起去欧洲。毕竟有战舰随行，至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也就在赵岩一家离开大宋的同时，远在京城的赵旭却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水拱殿中，然后长长的叹息一声。他真的很羡慕自己三叔一家能够去欧洲游玩，可怜他这个皇帝却每天只能待在这深宫之中，想要出宫一趟都千难万难。 不过他很快又想到即将举行的封禅大典，当下也不禁露出了兴奋的表情。这次外出的机会实在难得，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的游玩一番才行。欧洲号离开广州港口，一路向南。 沿途经过琼州、深水港等地。以前赵岩曾经数次来过这些地方，只是当时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十分简陋的港口。不过几十年时间过去，这些地方已经成为大宋到南阳一带的重要港口，借助海贸的优势，这些港口也都是发展极快。有些特别繁华的港口，比如像深水港等地，已经不比广州港差多少了。 唯一比不上广州港的，就是有那份历史底蕴，这个只有靠时间慢慢弥补。赵岩是故地重游，但是曹颖他们却都是第一次来，特别是赵岩那些比较小的儿女们，他们很多都是在赵岩从广州回到东京之后才出生的。 因此，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出过海，所以刚刚登上欧洲号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都是兴奋无比。相比以前风帆船，欧洲号这艘蒸汽船经过特别的设计，在海面上的稳定性极好。这也使得很多小家伙在第一次乘船的时候，竟然没有晕船，反而一个个兴奋十足的在甲板上跑来跑去。 赵岩陪着曹颖等人坐在船头的甲板上喝茶聊天，享受着悠闲的海上时光。不过，也就在这时，忽然只见甲板上一只皮球滚了过来，随后一只已经有些老态的大狗跑过来把球叼住，然后飞快的回身把球送到后边跟随一个女子的手中。看到这，赵岩不禁笑着开口道：“小豆芽。” 小肉丁看起来精神不错呀，看来他很喜欢出海，你也不要太担心了。这个拿球的女子正是赵岩以前的贴身侍女小豆芽，不过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小豆芽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妇人，而且她也是曹颖陪嫁过来的丫头，自然也是赵岩的侍妾。事实上，她和蜜雪早就与赵岩圆房了，也都生下了不少儿女。 至于那条大狗呢？正是当初赵岩救下来的小肉丁，是一条藏獒与土狗的混种狗，一直由小豆芽照顾。只是这条狗的年纪已经太大，事实上它的寿命已经达到狗的极限。前段时间还生了场大病，为此小豆芽一直很是担心。傅君，小肉丁精神虽然不错，可是动作比以前要迟缓许多，饭量也少了不少。 我真担心他的身体。小豆芽这时却是闷闷不乐的道：“以他现在的年龄和身份呢，其实再叫他小豆芽已经有些不合适了。事实上，小豆芽本来姓豆，所以王府里的人都称他为豆夫人。不过赵岩还是喜欢直呼他小豆芽，这也是赵岩和曹颖的专用称呼。”放心吧，据我所知呢，杂交狗的寿命一般都比较长。 而且小肉丁啊，从小营养充足，所以它的寿命肯定比一般狗要长一些。而且这几天小肉丁精神这么好，所以应该不会再生病了。赵岩笑着安慰道。不过话虽是这么说，但他也知道狗的寿命一般也就十年左右，当然也可能更长，但一般二十年已经是狗的极限。 现在小肉丁能活二十多年，若是放在后世，甚至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另外，赵岩私下里还向兽医打听过，知道狗这种动物平时精力充沛，哪怕是年纪大了，也经常跑来跑去，动作十分敏捷。但是，当他们动作开始迟缓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而且这个过程会很短。以小肉丁现在的状态。 估计很快就会不行了。当然，他肯定不会把实话告诉小豆芽，否则这段时间他肯定都会十分的伤心。小豆芽对赵岩有一种盲目的崇拜，现在听到赵岩如此说，终于将心中的担心放下了一些。不过，这时小肉丁却好像听懂了什么，迈着步子来到赵岩脚边，然后用自己的大头蹭了蹭赵岩的腿，并且抬头看着他。 一双已经有些浑浊的眼睛满是依恋。都说人老成精，狗也一样。估计这是小肉丁感觉自己命不久矣，所以这段时间对赵岩十分依恋。说起来，小肉丁平时虽然有小豆芽照顾，但他却对赵岩更亲近，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当年是赵岩把他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 看着小肉丁满是依恋的眼睛，赵岩不由得叹了口气，当下让人拿过来一些碎肉喂给他吃。本来小肉丁最喜欢吃成块的羊肉，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已经咬不动大块的肉了，平时只能吃一些碎肉或者喝一些肉粥。小肉丁虽然老的没有胃口，但依然低下头把赵岩喂的碎肉吃干净。然后赵岩又倒了些水在手心，小肉丁依然舔干净。 这让赵岩高兴的拍了拍他的头。小豆芽看到小肉丁竟吃了这么多，当下也十分高兴，拿起球继续去逗小肉丁，以便让他多运动一下。看着小豆芽和小肉丁玩耍的身影，曹颖这时忽然开口道：“夫君，我看小肉丁好像快不行了，为什么不把他放在府里？这样等到咱们回来，他可能已经去世很久了。” 小豆芽也就不会那么伤心了。小豆芽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若是我们把小肉丁丢在家里啊，回来后他肯定会更伤心的。所以还不如把他带在身边。而且小肉丁虽然是条狗，但也是有感情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肯定是希望我们陪在他身边的。 赵岩看着不远处小肉丁的身影，当下有些悲伤与无奈的道：“自从穿越之后，小肉丁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虽然他不是人，但是赵岩对他感情十分深厚。可惜现在小肉丁的寿命已经走到尽头，这让赵岩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像丢失了什么重要东西似的。”看到赵岩脸上的表情，曹颖与薛宁儿等人彼此对视一眼。 他们都明白赵岩这时的心中的想法，当下只见曹颖伸手握住赵岩的手，轻声道：“夫君不必太过悲伤，就算小肉丁走了，也还有我们陪在你身边呢。”感受到曹颖手心的温度，赵岩又看了看旁边的薛宁儿等人关切的眼神，当下也感到心中一暖。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不止一个知己，此生也算是无憾了。因为不急着赶路，所以欧洲号也是走走停停，几乎每到一地，赵岩都会带着家人欣赏一下当地的风景。 现在大宋对南阳一带统治已经十分稳定，当地土人曾经有反抗，但在宋军的屠刀下，这些土人很快就老实下来。另外，大宋在南阳的移民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南阳几乎成为大宋的后花园，安全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这也让赵岩他们可以放心的游玩。不过，就算是如此，赵岩他们的船还是很快就到达了马六甲海峡。 当初赵家还没有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时候，大宋还没有完全占领马六甲海峡，只是在海峡的东南侧出口拥有一座港口。不过现在整个海峡已经完全落入到大宋手中。至于原来海峡两岸的土人王国，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欧洲号在马六甲海峡停留了两天。 下船欣赏了一下当地的美景，品尝了一下当地特色美食后，终于再次上路，穿过了马六甲。接下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舰队终于来到了狮子国，也有人称其为锡兰，其实就是后世的斯里兰卡。狮子国有两样东西最为有名，第一是岛上盛产的宝石。 这里盛产各色宝石，一向都是大宋宝石商人的最爱。第二，则是狮子国的佛牙舍利。狮子国崇信佛教，国内收藏着一枚佛牙舍利。巧的是，大宋同样有一枚，这还是钱塘时的高僧从海外迎来的。如此一来，两枚佛牙舍利相互呼应，不少大宋的高僧不远万里来到狮子国，为的。 就是在佛牙前诵经静修，另外也有不少佛教的信徒在拜见过大宋的佛牙之后，又跑到狮子国来拜见这里的佛牙，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向佛之心，顺便也能在这里买一些宝石回去。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所以狮子国虽然不属于大宋的土地，但是这里的宋人却十分的多。 赵岩他们刚下船的时候，就在码头上见到不少宋人，在码头上往来不息。这些宋人都是来做生意的，时不时的可以看到这些宋人指挥着人把一些沉重的货物搬到船上。这些货物不用问就知道，肯定是狮子国的宝石。宝石是女人的最爱，而且赵岩的家中有不少人信佛，比如颜玉如和薛宁儿。 都是如此。另外，曹颖更是佛道都信，所以来到狮子国后，赵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多停留几天。一来可以购买一些宝石，二来呢可以让曹颖他们去佛牙精舍拜一拜。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岩他们的船在港口停泊之后，赵岩则带着家人上了岸，然后直接到了狮子国的首都中。狮子国的首都名字很长。 大宋呢，一般习惯性的称为狮子城或者西兰城,城。城中有国王王宫，而佛牙舍利则供奉在王宫旁边的佛牙精舍之中。每年三月都会将佛牙迎出，举行盛大典礼，这也是狮子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赵岩本来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他是被。 十几艘军舰保护着来到狮子国的，而且在人家的港口上想隐瞒都没办法，所以对于他们一行人，狮子国的国王早就关注了，甚至还亲自出城迎接。狮子国国王如此客气，主要是因为狮子国根本离不开大宋，并不仅仅是因为宋人来这里做生意的人多，而是因为狮子国一直在与北方的泰米尔人作战。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双方可以说是世仇。而且因为泰米尔人数量众多、性情彪悍，因此狮子国一直不占优势。不过自从大宋到来之后，不但贩卖武器给狮子国，甚至还派出一支军队帮他们抵挡泰米尔人的进攻。毫不夸张的说，狮子国正是靠着大宋支持，才能保持到现在的平安。 若是大宋现在退兵，或是切断武器供应的话，恐怕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泰米尔人灭国。贤王并非贤王，赵延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 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七十九章《佛牙精舍》，也因为上面的原因，所以狮子国对大宋十分的亲近。前年和去年还曾两。 此派人去大宋进贡，听说狮子国还有一座大宋的蜀国，不过这件事还在商讨之中。因为现在大宋的蜀国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成为大宋的蜀国后，大宋会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并且在商贸方面还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也使得大宋对蜀国的把关十分严格。既然无法隐藏身份，赵岩索性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结果这让狮子国国王也是大为震惊。这几年他对大宋一方面的情况也多做了很多了解，自是听说过赵岩的大名。现在听说这位传奇王爷竟来到自己国土上，这让狮子国王也感觉脸上有光。当下十分热情的把赵岩迎进狮子城，并且亲自为他们设下欢迎宴会。 虽然赵岩对狮子国的王宫没有任何兴趣，但也不好拒绝对方的邀请，于是带着家人进到王宫赴宴。晚上也在王宫中的一处宫殿休息。第二天一早，狮子国王亲自引领着他们来到佛牙精舍参观佛礼。赵岩不信佛，但对任何宗教都十分尊敬，更何况这里还供奉着佛祖的舍利，因此来到佛牙精舍后，也露出一种肃穆的表情。 一边走一边听着狮子国王亲自向他介绍佛牙精舍的历史。说起来，这座佛牙精舍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佛牙被迎到狮子国之后，一直供奉在这里，历史比狮子国的王宫还要悠久。 而且能够来这里供奉佛牙的，全都是狮子国有名的高僧，可以说这里简直就是狮子国的佛学最高学府，所有僧人都以进到这里为荣。曹颖和严玉如他们来到佛牙精舍之后，也同样表现的十分虔诚，并且提出想要亲自见一见佛牙的请求，对此狮子国王也欣然答应。 亲自带他们来到精舍中的高楼之上。这座高楼外表镶嵌着无数宝石，看起来奢华无比。而且每层楼门都有机关，每打开一层都会引起巨响，从而全城皆知。一般人不经同意，根本无法见到佛牙舍利的真面目。不过，也就在狮子国王刚,刚刚打开高楼的第一层大门，赵岩他们也准备进去的时候，忽然只听旁边有人高喊道：“越王殿下，留步！” 可还识得故人否？赵岩正准备进到供奉佛牙舍利的宝楼，可是却忽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当下顺着声音扭头望去。结果呢，看到一个胖大的僧人正满脸笑容的看着自己。只见对方是圆头大耳，一脸的福相，很有几分弥勒佛的风采。而赵岩刚开始的时候也感觉对方很熟悉，但一时间又叫不上名字。怎么？ 殿下难道都忘了当年的香积宴吗？也许是看出赵岩眼中的迟疑，只见这个胖大和尚忽然再次开口道，慈眉善目的脸上也一直带着笑眯眯的表情。啊，你是了缘。赵岩这时终于想了起来，眼前这个胖大僧人正是徐安出家时的师兄了缘，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和尚佛印。 也就是苏轼的好友，以前曾经和赵岩一起参加过徐元举办的相见。不过当时的佛印并没有现在这么胖，而且当年京城一别之后，赵岩也好多年没见过他了，所以这才一下子没有认出来。<laughs> 哎呀，殿下总算认出贫僧了！多年未见，殿下依然风采依旧，让人见之心折呀。 了缘这时大笑一声道：“这时他已经被朝廷册封为法印禅师，不过一些老友还是喜欢叫他法号了缘。所以现在听到赵岩的一口道出他法号了缘，感觉十分的亲切。<laughs> 本王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不过多年不见啊，你可比当年更胖了，看来这些年你肯定没少品尝各地美食啊。” 赵岩这时也是大笑一声道：“了然的性情诙谐有趣所以赵岩才会如此的开玩笑。”听到赵岩说他胖，只见了缘故意拍了拍自己的大肚皮道：“嘿，正所谓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贫僧没有别的事情，只能以肚皮来表示自己的讲佛之心。” 这了缘说的有趣儿，结果不但赵岩再次大笑，连他身边的曹颖等人也都不禁莞尔。其中严玉如和薛宁儿彼此对视一眼，然后一起上前向对方行礼。说起来呢，他们也是当年相积宴上的故人，特别是严玉如更是徐岩的妹妹。这时能够在这里见到了缘，自是也要带兄长向他行礼。 阿弥陀佛，恭喜两位夫人找到最好的归宿。了缘看到颜玉如和薛宁儿，他们立刻再次行礼道：“当年在江基宴上的时候，他也没想到，这两位东京城最有名的行首竟然都被赵岩纳入王府之中。”我说：“了缘呐，你什么时候来的狮子国呀？”赵岩这时笑着对了缘问道。 对方出现在这里，不用问，他也知道，肯定是为了佛牙舍利而来。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见过佛牙舍利。启禀殿下，贫僧早在两个月前来到这里，并且一直在佛牙精舍这里参悟佛法。没想到今日见到殿下，所以这才前来与您相见。了缘再次笑呵呵的道。 能够在这里遇见故人，赵岩十分高兴。当下邀请了员一起去参见佛牙舍利，这也让了缘十分兴奋。因为他虽然来了两个月，但却一时没能见到佛牙舍利的真面目，而是只能在高楼下诵经。这倒不是狮子国僧人不让他看，而是为了佛牙舍利的安全。佛牙精舍中早有规定，一般只有每年三月才会开启高楼迎佛牙，其他时间任何人不得进入高楼。 当然，这次赵岩到来呢，却是让狮子国的高层破了例。当下，赵岩等人进到供奉佛牙的宝楼之中，刚一进到大门，立刻有僧人向他身上撒上香水与香料，然后这才沿着楼梯而上，最后一直来到楼顶，这才看到正中供台上放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宝盒。 宝盒分为数层，就像后世的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而在水晶宝盒的正中，则放着一个小小的供台，供台上摆放着一幅精美的丝绸，一枚长约数寸的佛牙静静的躺在丝绸之上。整个佛牙呈黄白之色，看上去似玉非玉，十分的神秘。这就是佛牙呀。 赵岩仔细打量着水晶宝盒中的佛牙，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这枚佛牙虽是牙齿的形状，但体积未免有些太大。按照这个佛牙的尺寸，恐怕佛祖肯定是个身高数丈的巨人。 相比之下，了缘等人却根本没有像赵岩这样的疑惑。只见他们一个个满脸肃穆的站在那里，双手合十，默念经文，连曹颖他们都不例外。对此，赵岩却有些不屑的撇了撇嘴。他实在难以对任何宗教产生什么坚定的信仰。不过，也就在赵岩对佛牙真假产生怀疑的时候，忽然只见水晶盒中佛牙微微一动。 然后，整个佛牙竟然一下子飘了起来，并且佛牙身上还散发出炫目的白光，让人不敢直视。这，这是怎么回事啊？赵岩这时也是吓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自己的学识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也是极大的冲击了他的世界观，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佛光，佛祖显灵了！看到佛牙自己飘起来，并且发光，随同赵岩一起来到狮子国王等人，全都兴奋的高叫起来。至于赵岩身后的曹颖等人，也全都瞪大眼睛，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毕竟这种景象啊，实在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外。 佛牙舍利遇到与佛有缘之人，就会散发佛光。看来这个传言是真的。这时，身材胖大的了缘也是兴奋的开口道：“说话之时，还特意看向赵岩，因为在他们这些人中，好像只有赵岩才有资格让佛牙舍利发光。”这个赵岩这是不知所措，毕竟眼前景象实在太诡异了。 再加上了缘的话，更让他不禁怀疑到自己真是什么与佛有缘之人。佛牙舍利发光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那种炫目的白光就暗淡下去，然后佛牙舍利慢慢的飘落到原来的位置，表面慢慢的变成原来的黄白色，看起来好像与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让人怀疑刚才的事情是真是假。 不过这时，狮子国的国王等人都反应过来，纷纷对佛牙舍利顶礼膜拜。赵岩虽不信佛，但刚才的事情实在太过诡异，所以最后也跟着众人拜了拜，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了缘呐、啊，你是出家之人，你说这世上真的有神佛吗？赵岩这时皱眉对面前的了缘问道。 自从在佛牙精舍见到佛牙漂浮发出奇光之后，赵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可是越想越是想不通，甚至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快被颠覆了。殿下太过着相了。什么是佛呢？为善，即是佛。我虽然是个出家人。 但其实并不信，天上真的有什么神佛？否则咱们大宋的热气球都已经满天飞了，<laughs> 但为何没有人找到传说中的神仙呢？只见了缘，这是微笑着说出一番让人大为吃惊的话。你，赵岩听到这也是大为惊讶，他万万没想到了缘竟然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还说什么为善即是佛。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看到赵岩惊讶的样子，了原则是淡然一笑、哎：“殿下不必太过惊讶。若是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肯定会回答：有神那也有佛。可是这些年呢，我为了印证佛法，几乎踏遍了大宋的每一寸土地。” 甚至连周围的吐蕃、大理、高丽、倭国等等国家，我都去过。经过这几十年的游历和感悟，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在我看来呀、啊，佛并不是寺庙中那些泥塑，更不是为了愚弄百姓而编造出来的神佛谎言。这佛其实就在你我的心中，为善即为佛。 为恶即是魔，佛与魔其实就在一念之间，或者说，佛与魔其实都是人。了元尽量将自己对佛法的理解讲得十分浅显，以赵岩的智慧，自是能听得懂。不过，这个道理虽然看似浅显，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但是真正化为自己理念，却并不容易。 赵岩听完了了元的话，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不过很快，他又扭头对了元问道：“了元，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又如何解释那天佛牙的异象呢？”“哎呀，为什么要解释呢？这天地之间呢，自然有其智力，我们不可能一一了解。” 就像以前的日食，因为不懂其中的道理，所以人人都以为是天狗食日。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其实就是月球挡住了太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呢，我虽然无法解释那佛牙的意象，但也不能说明这就是神佛的力量在作怪呀、啊。了缘再次开口道。 若不是亲耳听到，赵岩恐怕也不会相信了。缘这个大和尚竟然是个唯物论者。不过他的话也让赵岩感到十分的愧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他竟然给忘记了。若是抛去佛牙的神话色彩，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物质，有一种神秘的特性也很正常。只是别说是现在了，恐怕连后世也没能解开这个谜团。至少他根本没听说过。 佛牙会自己发光的原因。想到上面这些，赵岩的心态慢慢的平复下来。其实也不能怪他，佛牙这东西本来与宗教有关，所以赵岩也是先入为主，完全被佛牙宗教色彩迷惑。现在跳出来这么想一想，他倒是觉得了源的分析更有道理。了源呢，看到赵岩沉默不语。 还以为他是无法释怀佛牙的事情，当下再次笑着开口道：“殿下呀，佛牙之事呢，不必放在心上。咱们还是来聊一聊这去欧洲的事情吧。”昨天赵岩他们就离开了狮子国，而了原他们也一起离开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去欧洲的，之前只是在狮子国暂时停留。本来他打算呢自己搭乘一艘商船去，可是没想到竟然在狮子国遇到赵岩，于是一同上了赵岩的船，这样在路上呢也有个说话的。听到了元去欧洲的事情，赵岩这时终于回过神当下呢把佛牙的事情暂时抛到脑后。 我这次去欧洲呢，主要是带着全家游玩一番，顺便探望一下我的儿子。不过了缘，你为何要去欧洲啊？我记得前段时间佛门组织了一批僧人去欧洲传教，但好像并没有你呀、啊。<laughs> 殿下不愧是殿下，一下就猜到了关键。上次呢，朝廷让佛门挑选人去欧洲传教。 可惜当时我呢正在吐蕃高原上和当地高僧辩论，等到我从高原上下来的时候，去欧洲的人都走了。不过啊，我将大宋以及周边几乎都转了一圈，又不想去炎热的南洋，于是就决定去欧洲转上一转，顺便也可以看看当地的传教的状况。了缘大笑着回答道：“他的身材胖大。” 胖人最怕热，所以相比炎热的南洋他，他对更加遥远的欧洲更是感兴趣。原来如此啊！之前我好像听你说过，你这些年一直在各地走动，没想到你竟然连吐蕃也去过。说起来，吐蕃是咱们大宋接下来要攻克的一个重点，不知道了原，你对吐蕃有什么看法呀？赵岩说到最后，也露出十分感兴趣的表情。 吐蕃位于高原之上，哪怕是商人也不愿意上去，一般都只在高原边缘交易。再加上吐蕃恶劣的交通条件，使得大宋对吐蕃内部情况了解有限，所以赵岩才想听了源介绍一番吐蕃的情况。<laughs> 哎呀，我呢觉得朝廷对吐蕃不用太过担心，虽然我是佛门弟子。 但是不得不承认，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呀，已经将整个吐蕃的基础给毁了。以前吐蕃是由大大小小的部落头人统治，彼此之间争斗不休，但却有统一的可能。可是现在，各个寺庙的寺主却开始插手世俗的权利。 与那些大小头人之间矛盾重重，而且有些四处夺得权利之后，完全将自己的势力范围给固定下来了，形成了一个个这形形色色的小政权。可是因为寺庙的特殊性，这些势力之间呢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势力。再加上宗教给普通吐蕃人带来的麻痹性，更让吐蕃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所以啊，我敢断言，日后吐蕃很难再对我大宋形成什么威胁喽、哦。了缘这时微笑着道：“他虽然是个和尚，但同时也是宋人，因此话里话外都是以大宋的角度来分析。”听完了了缘的这些话，赵岩也不禁赞同的点了点头。后世的吐蕃的确像了缘分析的那样。 因为佛教的统治而变得再无向外扩张的欲望。只要不主动招惹他们，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威胁。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 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长纵谈天主教。这赵岩的舰队离开狮子国以后，很快到达非洲沿岸。 然后顺着非洲东南海岸开始向南航行。船上多了了原和尚，倒是让赵岩多了一个说话的。说起来，了原不但佛法精深，而且这些年走过地方很多，思想开明的他吸收了许多赵岩带来的新理念，因此和赵岩十分谈得来。这一天阳光明媚，船上有人捕捉一条巨大的石斑鱼，于是赵岩让人做了一桌鱼宴，请了原品尝。 光看了了缘的体型，就知道他是个酒肉和尚。历史上就有记载他偷吃鱼肉的故事，甚至据说苏轼发明的东坡肉也和了缘有关系。事实上，了缘不但不忌口，而且还是个美食家，这一点倒是和赵岩志趣相投。哎呀，好鲜美的石斑鱼啊！记得上次品尝此种美味，还是在广州游历之时，却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之地。 也有这种鱼。了元一边品尝面前的鱼宴，一边夸赞道：“捕获这条石斑鱼属于巨石斑鱼啊，体型长达两米，重好几百斤。赵岩他们面前做了这么多菜，也只用了一小部分。而且这种鱼分布广泛，在大宋南方海域中也有出产。呵呵这海里的美味呀、啊，可比路上的还要多。” 毕竟海洋光是面积就是陆地的数倍，再加上这生命本来就起源于大海，海中生物多，美味的食物呢自然也就多。只可惜我们对大海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赵岩这是微笑着道：“哪怕是在后世，人们对海洋也没有完全了解，海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一想到这个，赵岩又想到之前佛牙的异象，不过很快又被他抛到脑后。 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别去想，这是他的优点之一。说到大海，了缘露出十分感兴趣的表情，当下向赵岩请教一些关于海洋的问题，比如刚才赵岩提到过的“生命起源于海洋”这件事。对此，赵岩也一一做了解答。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太过超前。不过，赵岩早就表现出太过超前的思维与学识，所以了缘也就见怪不怪。 聊完海洋问题之后，赵岩品尝了一口清蒸石斑鱼肉，鲜美滑嫩的鱼肉似乎入口即化，让人禁不住赞叹一声。然后这才对两元问道：“两元，你们佛门在欧洲那边传教之事进行的怎么样了？据我所知，欧洲天主教根基很深，想要在那里打开局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听到赵岩问起欧洲传教情况，了源露出了凝重的表情。当下考虑片刻，这才开口道：“欧洲那边传教情况的确不太乐观。刚开始，我们佛门与道教在世子的支持下，在罗马分别建立一座寺院与道观。” 并且积极的向城中百姓传教，不过却没什么效果。后来我们发现，罗马城已经被天主教统治上千年，天主都已经深入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我们刚一开始呢，选择在这里传教，根本就是个错误。了缘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也正是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呢，所以我们佛门和道教的商议了一下。” 决定走出罗马，去其他地方传教。这一下终于有了进展了，已经在外地建造了几座小庙，而且呢，也有了一些信徒。另外，我们发现呢，欧洲普通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所以在传教之时呢，我们会发放一些粮食、布匹之类的东西。虽然数量不多，但对他们呢，也是一种不小的帮助。这也能吸引一些教徒的加入。 赵岩听到了元后面的话，不禁愣了一下，因为他想到后世天主教在中原大地上传教时，也同样是以小恩小惠打开传教的局面，等到吸引足够多的教众之后，再加上西方国力强盛，自然就吸引了更多人加入。现在佛道两教在欧洲传教时的举动，几乎和后世的天主教是一模一样。 看来这些宗教在传教时的心思都差不多。赵岩虽然不信佛道，但却希望将佛道两教在欧洲推广开来。一方面是消除天主教在欧洲一家独大的威胁，另一方面这两种宗教也代表着原始文明对外的扩张。道教就不必说了，佛门虽然是外来宗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原佛教早已融合儒家和道教的某些思想，与天竺那边的佛教。 大不相同，所以中原佛教其实呢，可以代表着中原文化。殿下，说起这欧洲传教的事情呢，那是肯定绕不过当地的天主教。只是我对天主教了解不多，只是之前看了一些传来的消息，不知殿下对天主教知道多少，可否为贫僧讲解一下？ 了缘这时忽然再次开口，他这次去欧洲主要任务也是传教。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他才想向赵岩请教一下天主教的事儿。赵岩虽然也没去过欧洲，但对天主教还是有些了解的。当然，可能分不清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但这并不妨碍向了缘介绍。反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天主教和基督教。 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宗教，就像是佛教和道教中也分为许多流派。当下，赵岩从天主教的起源讲起，然后介绍一下天主教的主要结构，特别是教廷这个组织。说起来，天主教之所以能够与世俗的皇权对抗，靠的就是教廷这个核心组织，而佛门和道教正是缺少一个核心的。 组织的领导，所以哪怕他们信徒再多，但也只是一盘散沙。当然，这只是大宋进行允许他们存在的原因。原来如此啊！不过宗教就是宗教，他们做的呢是导人向善，给人以精神寄托。可是天主教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却被教廷当成做权力争夺的武器。 早已经背离宗教建立的初衷啊！若是真的让他们夺得世俗的权利，恐怕受苦的还是当地百姓。了缘听完后不禁感慨：“他的确很有远见。后世天主教统治欧洲那几百年，欧洲的文明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开始后退。直到摆脱天主教的统治，欧洲才开始爆发出惊人的活力。”对了。 了缘，你若是想要了解天主教的话，过几天就会有一个机会。这时，赵岩忽然神秘的一笑。东方的天际刚刚发白，帕斯卡尔二世早早的就从自己的木屋中起床。这说是木屋呢，其实就是一个低矮的木头架子上钉着一些杂乱的木头，木头的缝隙间被塞上泥土与杂草，比个窝棚也强不了多少。 可以说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帕斯卡尔二世走出房门，看了看村落，村落里几乎都是同样低矮的木屋。接着，他来到了村落中的一片凌乱的空地上，空地旁边长着一棵高大的树木。只见这帕斯卡尔二世走到树木下面，然后伸手敲响树上的一块废铁，清脆的声响很快传遍了整个村落，其他人开始纷纷起床。相比几年前。 哈斯卡尔二世要苍老许多。本来他贵为天主教的教皇，平时养尊处优，外表的年纪看起来远比实际要小。可是自从成为大宋的俘虏后，赵家将他和一些天主教的死忠发配到这座名叫牛头岛的大岛上。附近有一个汉人的港口，名叫牛头港。他们这些。 教廷贵族无依无靠，大宗又不会好心的将他们养起来，所以吃的住的都需要他们自己解决。如此一来呢，他和其他人每天早出晚归，为一日三餐而辛苦劳作，整个人被晒的是又黑又瘦，自然要看起来老上许多。随着起床的铃声响彻全村，村子里其他人纷纷起床，然后来到这一片凌乱的广场上集合。 这些人全都是当初被流放到这里的教廷贵族。本来当初在罗马之时，他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可是被流放到牛头岛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放下以前的恩怨，合作起来，否则根本不可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各位，天已经亮了，女人们去准备饭菜，男人们准备好武器出门，打猎的和打鱼的分开行动，剩下的人和我一起建造教堂。 帕斯卡尔二世看到来的差不多了，当下大声宣布道：“刚来到这里，帕斯卡尔二世这些教廷贵族连饭都吃不饱。不过，慢慢的熟悉了这里环境之后，他们发现牛岛上猎物丰富，而且又靠近海岸，无论是打猎还是打鱼，都可以得到食物，所以这才慢慢的安定下来。前段时间，帕斯卡尔二世还提议建造一座教堂。” 这也得到大部分人同意，毕竟他们虽然被流放了，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放弃自己信仰。于是就由帕斯卡尔二世出面做了一些安排，现在所有人都由他指挥。听到帕斯卡尔二世的吩咐，村子里的女人立刻忙活起来。这些女人在罗马城呢，全都是娇贵的、不可一世的贵妇，她们每天讨论最多的就是城中流行什么样的衣服，以及哪位工匠做的首饰最精美。可是现在， 他们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模样，一个个蓬头垢面，穿着牛皮做成的简陋衣服，粗糙的双手满是茧子，哪还有半分贵妇的模样？早饭很快准备好了，海鲜野菜汤配上烤的乌黑的肉干。帕斯卡尔二世他们一天三顿几乎都吃这个。那为什么吃这个呢？因为除了这些之外呀、啊，他们没什么可吃的。 帕斯卡尔二世自己盛了碗汤，拿了两片肉干，然后把肉干泡到汤里慢慢嚼着。因为他年纪大了，这几年呢牙也掉了不老少，现在已经咬不动肉干了，所以每天吃饭时啊，对他都是个不小的考验。另外，他也感觉自己身体虚弱的厉害，加上晚上经常失眠，这让他有种不好的感觉。不过，他已经给自己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在死之前把教堂建起来。好不容易吃完了早饭，女人们收拾完餐具之后，就到附近去采集野菜和野果；男人则分成两队去打猎和猎鱼，并且带上了干粮，因为他们中午根本不回来。至于帕斯卡尔二世，则带着一些年纪大、有经验的男人留下来。 他们就是他建造教堂的主要帮手。接下来，只见帕斯卡尔二世从自己房间中拖出一个大箱子，打开之后，露出里面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呢，全都是他们将本来就不多的食物省出一点，然后送到牛头港那边换的一些钱，好不容易才攒够了买这么一套工具。 当然，这也是多亏了大宋钢铁便宜，工具价格低，否则恐怕他们也买不起。帕斯卡尔二世将工具箱里的工具一样样的拿出来，然后分发到这些人的手中。每个人用什么样工具，他都记在心里，晚上会一一的收回。毕竟这些工具实在太珍贵了，整个村子就这么一套。拿到工具之后，立刻行动起来。有人用斧头。 将前些天砍到的原木清理一下，去掉上面的枝桠，砍平树干上的截流，有的呢，则两人一组，用大锯把树干锯开，并且锯成薄厚一式的木板。另外还有人用铁锹开始挖前些天没有完成的地基。这个不大不小的工地上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因为条件有限，帕斯卡尔二世打算建造一座简陋的木质教堂。 规模比他们居住的木屋要大，但必须要十分坚固，因为海上经常刮来巨大海风，若是不坚固的话，很可能会被吹倒。以前他们房屋就数次被大风掀翻过屋顶，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摸清了当地气候，也积累了一些建造房屋的经验，相信教堂建好后不会出现坍塌的情况。帕斯卡尔二世手下干活的人有见。 因此，工程的进度也是极慢的，一整天下来也干不了多少活。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地基终于挖好了。从明天开始，所有人都可以投入到木料的准备上，这将会加快教堂的建造进度。晚上的时候，外出的男人回来了，啊、今天的收获不错，带回来的食物比往常要多一些。 于是，所有人聚在一起品尝了一顿不限量供应的晚饭。因为食物有限，所有的村子里所有的食物被集中起来分配。平时每人的食物都是定量的，只有在收获大量猎物的时候，才会让所有人吃顿饱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帕斯卡尔二世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努力的干活。教堂终于一点点的建造起来。 最后，当他们把精心打磨出来的十字架竖立在教堂顶上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刚好第二天就是星期日，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在新教堂中做一个弥撒。只不过，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却有一批不速之客来到了他们村子。 当东方的天际刚刚发白，牛头港却早已经开始了繁忙的一天。港口中的船只是进进出出，码头上人来人往。港口旁边的城市呢，繁忙无比，一副车水马龙的景象。赵岩走出船舱，长长的伸了个懒腰，然后打量一下繁忙的港口，脸上也露出满意的笑容。昨天下午，他们的舰队到达牛头港这里。 因为他去欧洲的事情并没有张扬，这里的官员事先也并不知道，所以直到他来到这里之后，这里的官员才匆匆忙忙地跑来办险。并且要为他安排住处。不过赵岩一来不想麻烦当地官员，二来脚下这艘“欧洲号”本来就是一艘豪华舒适的渡轮，岸上准备的住处未必比渡轮的房间舒服，所以拒绝当地官员的好意。 没想到，距离东京城万里之遥的非洲，咱们大宋竟有这么一座繁华的港口。正在这时，赵岩只听身后传来了元的声音道：“随后，了元的胖大身形慢慢的过来。他不但是第一次到达牛头港，甚至事先根本没有听说过这里。直到昨天船只进入港口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大宋在万里之外就拥有如此繁华的港口。哈哈，南阳那边的港口啊。” 就已经很年轻了，不过咱们眼前的这座牛头港却更年轻。当初加儿他们去欧洲的时候，这座牛头港才刚刚建立，这才短短几年，牛头港就已经如此繁华，这也说明了咱们大宋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是多么的兴盛了、啊。赵岩这时也是微笑着开口道：“从大宋到欧洲的航线上的港口，几乎都是他一手策划的，牛头港更是他。” 亲手选中的，现在看到这里如此的繁华，他也感觉到十分的欣慰。而且随着中原与欧洲的交流频繁，日后牛头港会更加的兴盛。除非等到苏伊士运河打通，这里的航运才会受到影响。不过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赵岩暂时还看不到苏伊士打通的希望。呃，殿下呀，您之前说有一个让我亲眼见识一下天主教的机会，不会就是在这里吧？ 这时，了缘忽然再次开口问道：“之前他向赵岩打听天主教的一些情况，而赵岩却笑着告诉他有一个亲眼见识天主教的机会，但却又不愿意说是什么机会，这让了缘十分无奈。所以今天又再一次的提了出来。了 <laughs> 缘，你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啊！不过你倒是猜对了，这里的确有一个让你见识一下天主教的机会。” 刚才今天舰队要在港口补给，船员们也要上岸放松一下，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一起去岸上走走吧。赵岩听到了元的话，却是大笑一声。他故意不说是想试一试了元的定力，没想到对方终于还是忍不住主动询问了。<laughs> 贫僧是个没耐性的人呐、啊，特别是对于新奇的事物，总是抱着几分好奇。 为此呢，吃过不少的苦头，可惜却一直没能改掉这个毛病，而且我现在的年纪，恐怕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了缘这时洒脱一笑，虽然他已经年近花甲，但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这也是他为何不远万里去欧洲的主要原因。 当下，赵岩让人做好准备，然后与了元一起下了船。港口中的官员早就关注着赵岩的一举一动，一看到他下船，立刻带人迎接上前。不过，赵岩却并没有让他们跟在自己身边，只是询问了他们几句话，然后让他们去忙，然后带着护卫与了空出了港口，向东南方向而去。这牛头港呢，其实就是后世的马达加斯加岛，号称是世界的第四大岛。 赵岩曾经让人大概算了一下，结果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牛头岛的面积几乎与原来的西夏国土面积一样大。如此广阔的岛屿，大宋自不可能完全占据。事实上，大宋只控制着牛头港一带，也就是牛岛最北端的一角，连牛岛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剩下的都是广阔的无人区。当然，岛上也有土人，但是数量比较少，而且一般不会靠近牛头港。 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 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 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让弥撒。牛头岗东南方向有一条不大的入海河流。 而在河流的北岸不远呢，却是有一座十分特殊的村子。村子里住的并不是当地土人，也不是宋人，而村子里的人很少与牛头岗联系，甚至他们进入牛头岗都要受到大宋官吏的严格盘查，因为他们正是大宋流放到这里的天主教贵族，其中包括帕斯卡尔二世。 为了确保安全，赵岩率领着五百人护卫，浩浩荡,荡荡来到这座天主教贵族建立的小村子。牛头岗的宋人一般称这里为囚村，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帕斯卡尔二世这些人呢，本来就是些囚犯。虽然帕斯卡尔二世等人对这个名字十分不满意，可惜他们根本无力反抗。囚村距离牛头岗只有十里的路程，几乎眨眼就到。 再加上赵岩今天起得又早，所以当他来到求村的时候，东方的朝阳刚刚升起。为了确保赵岩的安全，他手下的护卫在到达这里之后，立刻冲进村子，准备命令所有人放下任何可能威胁到赵岩安全的武器。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护卫这才刚刚的冲进去，却很快有人跑出来向赵岩大声禀告道。 启禀殿下，村子里的房屋竟都是空的，但房间里全都是有人生活的痕迹，好像刚刚还有人在房间里。现在整个村子的人全都不见了，整个村子的人都不见了这，这怎么可能呢？跟在少岩身边的了元听到这，却是震惊的大叫一声，因为他明明可以看到村子里的一些院子还在冒着炊烟。 明显有人做饭，可是现在怎么都不见了人影呢？对于了缘的惊讶，赵岩却眯着眼睛看着村子正中的一座建筑。相比村里低矮的房屋，这座木质建筑要显得高大，而且建筑屋顶上的那个十字架也十分的显眼。这让他一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当下笑着开口道：“人还在村子里，只是你们没发现罢了。” 当下，赵岩大步地走进球村，只见道路两侧院子门已经被护卫推开，只是里面却是空荡的一片。但是有些院子里啊，还晾晒着一些衣服，地面上摆放着一些工具与杂物，显然之前明明有人生活在这里，但现在却都见不着了。不过赵岩却是不慌不忙地穿过村子外围的房屋，最后来到村子正中的一片空地上。 只见这片空地的正中耸立着一座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木屋，正是之前赵岩在村子外面看到的那座。屋顶上有十字架的建筑，而且当他走到这里啊，这座建筑里面忽然传出了一阵歌声，显然有不少人正在吟唱着什么。人都集中在这里呀、啊，他们是在举行什么仪式吗？ 了缘听到对面建筑中吟唱的声音时，立刻禁不住问道：“虽然他听不懂对方在唱些什么，但是啊，却能从歌声中听出一股虔诚之意，就像他们诵经时一样。”所以了缘才会猜测里面的人是不是在举行着什么仪式。不错，今天应该是欧洲天主教的礼拜天，在他们的宗教传统中，天主用六天创造了世间万物。 第七天用来休息，所以天主教的教徒呢会在礼拜天齐聚到教堂，由神职人员主持举行一场名叫尼撒的宗教仪式。到时，所有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全将集中到教堂。刚才我的护卫呢，估计是看到很多家里都没人，还没来得及搜查这座教堂，所以才以为他们失踪了。 赵岩打量着眼前虽然简陋，但却明显是新建造起来的教堂道。但没想到，这些天主教贵族在被流放之后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建造起一座教堂。哦，教堂啊、哦，那就相当于我们的寺院啊。我记得天主教的标志是十字架，难怪这座建筑屋顶上会架着一个十字架。 了缘听到这，也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当下打了一下眼前这教堂，只是他看来看去，都感觉这教堂还真是寒酸呢、啊。除了屋顶上的十字架之外，根本没什么宗教元素。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看村子其他房屋就知道，村子里的人日子过得并不好。眼前这座教堂呢，已经是村子里最好的建筑了。 这时，赵岩身边的护卫本来想要把教堂的门打开，不过却被赵岩给挥手制止了。因为教堂里的人正在吟唱着什么，估计是赞美天主的宗教歌曲。而且赵岩还没有见过天主教的弥撒，所以他也想亲眼看一看这种仪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下，赵岩与了源一起来到教堂右侧的窗子外。 只见里面是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而且呢，所有人满脸肃穆的吟唱着什么，根本没注意到外面的动静，更没有人发现窗外赵岩等人。哎呀，殿下，他们这是在念经吗？了然，这是好奇的问道。 虽然他也算是见多识广，这一路上也听赵岩讲过关于天主教的事，但毕竟没有亲眼见过，对于弥撒这种仪式更是第一次见闻，因此他更是看得一头雾水，这才开口向赵岩请教。不是，这应该是弥撒开始时教徒向天主唱的赞曲，接下来才是由教士讲解他们的圣经。赵岩这时开口解释道。 虽然他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弥撒，不过他毕竟是来自后世，借助影视书籍等方面，使得他对弥撒的流程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哦，原来如此啊！了缘听到这点了点头，各个宗教中都有对自己信奉神明赞美，这很正常，佛门也不例外，所以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里面的吟唱很快结束，紧接着只见一个老者走到前面，开始大声的向下面的人宣讲着什么。可惜了，元还没来得及学习欧洲的语言，因此是一句没听懂。不过赵岩刚才也说了，这肯定是对方在讲什么圣经上的内容。赵岩眯着眼睛看着教堂中的那个老者，好半天才认出对方应该就是帕斯卡尔二世。 说起来呢，他虽然没见过对方，但却见赵家送来的帕斯卡尔二世的画像，而且还是用素描画的，与真人有着七八分相像。不过现在帕斯卡尔二世变化太大了，所以他也是好半天才认出来。帕斯卡尔二世在上面讲了好半天，最后终于算是讲完了。紧接着，他拿出一张面饼和一杯红色的果汁，然后让所有人。 吃一小块饼，喝一小口果汁。本来按照严格的程序呢，杯子里应该是葡萄酒。可惜帕斯卡尔二世，他们也没找到葡萄，只能用另一种红色的野果代替。这这这又是什么呀？怎么还得吃东西呢？这时了缘再次低声开口问道。 宗教仪式一般都十分的庄严肃穆，像眼前这种又吃又喝的仪式，他是第一次见到呵呵。若你是问别人呢，恐怕他还真不知道。不过这个我恰巧知道一些。这个环节呢，名叫圣祭。那块面饼据说代表着天主的身体，而红色的果汁则是天主的鲜血。教徒吃下天主的血和肉。 代表着与主同在，据说还可以得到天主的救赎，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哦，什么？吃掉他们信仰的神，那他们的神岂不是成了羔羊啊？了源听到这，再次大为惊奇的道。 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竟还有把自己的神吃掉的宗教。若不是相信赵岩不会骗自己，恐怕他也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对于了岩的惊讶，赵岩则是淡笑。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衍生出的仪式也是千奇百怪，根本不能以对错论之。也许在了岩来看，天主教的仪式十分奇怪。 但是反过来，也许在天主教的人来看，佛门的仪式也同样很奇怪，甚至是不可理喻。所以大哥别说二哥，从本质上来说，各个宗教做法都差不多。升气仪式过后，帕斯卡尔二世主持着举行了接下来的几个仪式。不过赵岩这时却看不懂。 只知道他们后面好像是对天主唱赞歌，不过这些不重要。了原本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弥撒，可惜因为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也让他十分遗憾。好不容易弥撒结束，帕斯卡尔二世正要走出教堂时，却震惊地发现，外面竟被一支精锐的宋军给包围了。你们是什么人？ 帕斯卡尔二世看到教堂外的宋军，当下神情严肃地大声问道：“不过，这时心中也十分忐忑，因为他们教堂才刚刚建好，这些宋军就来了。难道他们不允许自己这些人进行宗教活动，甚至是来拆毁教堂的吗？”你应该就是天主教的前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吧？”赵岩这时笑呵呵地走上前。 然后呢，打量一下对方，开口道：“之前他已经向当地官员询问过，知道帕斯卡尔二世这些人来到牛头港后，有不少人学会了大宋的语言，所以交流起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不，我不是千教皇，你们宋人挟持一些教徒的背叛，宣布废除我罗马祭司之位，但这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依然还是天主教的教皇。至于莫里斯那个叛徒，根本不配成为天主教的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听到赵岩的话，却是气愤的用汉语大吼道：“虽然被流放到这里，但他一直不承认自己的教皇之位已经被剥夺，也不承认莫里斯的教皇之位。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作用，但至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呵呵我不管你是否承认。” 事实就是事实。不过我今天来呢，不是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而是代表大宋呢，看一看你们被流放后是否做出一些违反大宋律法的事情。赵岩这时摆了摆手，撒谎道：“他可不会表明自己的身份，更不会傻乎乎的把了元推出去，让他和对方交流。这样做只会让帕斯卡尔二世他们闭嘴不言，所以才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大宋官方的身份。”没想到。 你们大宋竟然还在乎我们这些囚犯的死活？不过我们这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想看就尽管自己去看吧。帕斯卡尔二世说完，对身边人解释几句，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汉语。 结果，这些天主教贵族呢，听到后也不禁松了口气，因为他们之前与帕斯卡尔二世一样有些担心，对方是冲着他们教堂来的。当下，帕斯卡尔二世让其他人离开，毕竟教堂虽然建成，但他们还要生活，每天都需要外出寻觅食物，否则第二天只能挨饿。至于他呢，自己则留下来，因为他还是担心赵岩会对教堂做些什么，所以决定留下来看着赵岩他们。 那么看到帕斯卡尔二世不走，这却正合了少言的意，因为他本来就是需要一个人帮他讲解天主教的生活，所以时间这时他先进到教堂转了一圈，随口提出一些和天主教有关的问题。对此，帕斯卡尔二世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做了回答，毕竟他也不敢真的得罪眼前的这位大宋官员。 了源跟在赵岩的身后，一边观察，一边听着赵岩和帕斯二世谈话。如此一来，倒是对天主教生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也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另外，他也为这些流放的天主教徒感到同情，因为他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别的不说，村子中为数不多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光着身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衣服可穿。 相比之下，赵岩则是兴致勃勃的参观着球村。当初赵家把帕斯卡尔二世这些人流放到牛岛，其实就是想让他们自生自灭。不过没想到这些人的生存能力还不错，依然靠着牛岛丰富的自然条件活了下来，而且还建成了一个小村子。虽然村子条件艰苦了一些，但至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让他想到后世历史上的鲁滨逊。 当然，帕斯卡尔二世他们条件可比鲁滨逊强多了，至少他们可以与外界交流，而且也不是独身一人。将整个球村转了一圈之后，赵岩感觉也看的差不多了，于是就准备告辞。不过，这时村子里的几个小孩子可能是对他们的到来呢感到好奇，于是就在远处盯着他们看。 这些孩子一个个脏兮兮，光着身子，若是不看肤色的话，简直和非洲大陆上那些黑人孩子没什么两样。也许是慈悲心发作了，了缘向那几个孩子招了招手，结果这些孩子一个个虽然露出怯生生的表情，但还是有大胆的走了过去。结果只见了缘从怀中掏出几枚糖果，放在对方手中。 这让这些孩子眼睛一亮，先是飞快地将一枚糖果塞到嘴里，小脸上立刻露出幸福的表情，然后又飞快地跑回去将糖果分给自己的小伙伴。看着那些快乐分享糖果的孩子们，廖源忽然叹了口气，然后转头对赵岩道：“赵兄啊，我看求村的条件太艰苦了，这些孩子啊，竟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果然他们是流放到这里的犯人，但我想也不必太过苛刻了。帕斯卡尔二世听到随同赵岩一起来的光头和尚竟替自己这些人求情，当下也不由得惊讶的看了他一眼，而且他很懂得抓住机会，当下向了元叹息一声，开口道：“这位大师说的不错。” 我们旧村因为条件艰苦，刚开始有超过三十人病饿而死，其中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另外，村子这几年出生的孩子中，十个中只有一两个能够活下来的，这也导致村子里的孩子数量稀少，恐怕出不了几代，整个村子就会完全消失了。 了原是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很正常。而且帕斯卡尔二世话里话外也是在向赵岩恳请改变他们的现状。赵岩不是个特别心狠的人，刚才看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心软了，所以他在考虑片刻之后，终于向帕斯卡尔二世开口道：“这次本官前来的视察，倒是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些困难。现在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 但是，不是太过分的条件，本官可以代朝廷答应你们。听到赵燕如此说，帕斯卡尔二,二世是喜出望外。不过他在惊喜之余，没有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不能提太过分的要求，比如让大宋援助他们粮食、布匹之类的，别想了。毕竟大宋可不会白白的把物资浪费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必须提出一个对他们最利，却不会引起大宋反感的要求。我希望。 大宋允许我们自由的出入牛头岗，而不是每次我们的人进出时都需要朝廷严格的监察，甚至连衣服都要脱掉，这简直是对我们巨大的侮辱。帕斯卡尔二世考虑许久，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村子挨着繁华的牛头岗，本来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如此艰难的处境。 毕竟，哪怕是去码头上扛大包，至少可以混个温饱。可是，在港口官员眼中，他们就是一群囚犯。因此，他们想要进入港口，不但要事先申请，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每次都要折腾几天才允许进入。所以，一般若是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愿意去牛头港。这也导致了他们基本的生活物品紧缺，生活条件自是恶劣无比，简直和当地土人差不多。 听到帕斯卡尔二,二世的这个要求，赵岩当下考虑片刻，最后点了点头，道：“可以，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我可以现在就答应你们，甚至你们可以现在跟我一起去牛头岗，到时候我会亲自向港口官员交代，让他们将你们看作是普通人。不过你也不要奢望港口会给你们什么优待，想要过得更好，需要你们自己去努力。” 赵岩之所以同意帕斯卡尔二世的要求，除了对他们的怜悯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打算。因为他来到求村之后，发现帕斯卡尔二世这些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表现的更加虔诚。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不过，等到他们能够自由的进出港口，并且与港口中的宋人接触之后，生活环境改善是肯定的。另外，他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宋人的影响。 到时能否保持如此虔诚的信仰，那就难说了。毕竟中原文明的同化性可是很强大。贤王并非贤王，赵延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 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二章，父子交谈。 帕斯卡尔二世听到赵岩愿意带他现在就回港口，解除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让他也是大为兴奋。当下立刻点头答应，与村子里的人交代过后，立刻随同赵岩一起出了求村，赶往牛头港。越早把这件事定下来，他也就能够越早的放下心来。 解除对帕斯卡尔二世他们的禁令这件事，对于赵岩来说太简单了。当下，他带着帕斯卡尔二世赶往牛头岗。在路上，也许是因为了源之前替他们说话的原因，使得帕斯卡尔二世对他十分的感激。路上主动找了源讲话，这也使得了源有机会向他询问更多关于天主教的事。对此，帕斯卡尔二世耐心的做了解答。 回到港口之后，赵岩立即将当地官员召集过来，然后当着帕斯卡尔二世的面宣布，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入。对于赵岩的禁令，港口的官员自然是立刻执行。毕竟流放帕斯卡尔二世这些人命令是赵家发出来的，现在身为父亲的赵岩自然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命令。接下来的几天里，赵岩的舰队并没有立刻离开牛头港。 因为这里是去欧洲最重要的一个港口，离开这个港之后，他们将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其他港口休整，所以在这里要多停留几天。而了缘也趁着这个机会，以及之前帮助帕斯卡尔二世他们说话所结下的善缘，天天往球村那里跑。 而且每次都带些小礼物送给村子里的孩子和老人，这也让他更加受欢迎，同时也让了缘了解到更多关于天主教的事情。可惜帕斯卡尔二世他们根本不知道了缘做这些事，其实是在为欧洲传教做准备。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为了去欧洲与天主教抢地盘。有时候赵嫣也在想。 若是自己把了原的目的告诉帕斯卡尔二世这些人的话，恐怕了原立刻会被球村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几天之后，赵岩的舰队终于缓缓的离开了牛头港，穿过牛岛与非洲之间的海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来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只要绕过这里，就可以到达大西洋。不过这里的风急浪高是整个航程中最危险的一片海域。也正是因为好望角的危险性，所以赵岩他们早就做足了准备。一是这几年大宋海船已经将好望角的海况摸得十分清楚，只要小心的驾驶，并且没有遇到传说中的杀人浪，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危险。 二来，他们蒸汽船的速度稳定性高，可以极大的抵御风浪。不过，就算是如此，赵岩他们舰队在通过好望角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些波折，因为强劲的风浪使得一些船只偏离了航线，结果差点被风浪掀翻。幸好最后终于挺了过来，但这也让赵岩他们出了一身的冷汗。好不容易过了好望角后。 赵岩他们的船队终于来到非洲西岸，同时也到达了大西洋，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北上，经过将近十天的航行，他们才到达另一座补给港口。这座港口位于后世的几内亚湾附近。当初还是赵家他们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发现了这座天然的优良港口。后来经过大宋的努力，终于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补充港口。 而这座港口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先锋港，因为它是到达欧洲前最后一个港口。若是将大宋到欧洲的航线比作是一支大军，那么这个港口就是军队的先锋，所以才由此得名。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这座港口命名的人肯定是军队出身。先锋港的规模不大，比之前牛头港要小一半左右，人口也比较少。 毕竟牛头港那里不但有宋人，还有不少天竺和波斯人等，但是先锋港这里却大部分都是汉人，而且主要是驻扎在这里的军队，真正在这里定居的人极少。赵岩他们先在先锋港休整了几天后，终于再次起航，这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最后终于来到欧洲，并且到达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 这里的港口也早就被赵家控制，所以赵岩他们十分顺利的进入到地中海，沿途领略到地中海迷人的风光之后，舰队最终达到了罗马城附近的奇维塔基维亚港，而赵岩也早就亲自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赵家看着父亲舰队缓缓靠近港口，心中却十分忐忑，因为他已经收到赵旭送来的书信，想到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准备偷偷进行环球航行的事，还不知道会生出多大的脾气，甚至他怀疑父亲这次忽然从大宋跑来欧洲，很可能是因为这件事。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家知道。 父亲他们到来的消息后，就一直有些坐立不安。不过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来到基维塔基维亚港准备迎接。只是当他看到父亲、母亲他们一行人从船上下来的时候，赵家却不禁有种想要逃跑的冲动，因为他发现父亲看向他的目光有些不和善。这也更加印证了他的猜测。经过曹颖的劝说，赵岩虽然已经想通了，但是在见到赵家时，还是不禁。 有些生气，不过儿子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在这么多人面前，他也不好让儿子下不来台，所以仅仅是在刚下船时瞪了他一眼，接下来还是表现的十分亲密。赵家早就已经在港口中设下酒宴为家人接风，其中女眷们自然有阿格尼斯招待，至于赵岩，则由赵家以及呼延庆和苏哲等文官相陪，而且在酒宴上。 赵家还不停的向苏哲等人使眼色，让他们给自己老爹多敬几杯酒，这样等到老爹喝醉了，就暂时没功夫追究他准备环游世界的事情了。对于赵家的请求，苏哲等人也都同意了，因此酒宴上也不停的向赵岩敬酒。不过赵岩在喝了几杯以后。 却借口说自己年纪大了不便多饮酒，于是用茶水代替。结果这让苏哲等人也没办法，反倒是赵岩最后用茶水频频敬酒，结果把苏哲这些人全都给灌趴下了。看着趴在桌子上游自高谈上酒的苏哲等人，赵家不禁苦笑连连。这时时间，赵岩把茶杯重重的一顿，瞪着赵岩道。 跟我去书房一趟。听到父亲的吩咐，赵家自然不敢违抗，当下胆战心惊的跟在赵岩身后。这里虽然是赵家临时安全的住所，但是书房、卧室、客厅之类一应俱全。当下，赵岩父子二人来到书房后，赵岩把门关上，这才沉着脸问道：“听说你想从欧洲直接进行环球航行？” 这个父亲，赵家听到这，心中一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就行了。赵岩这时冷着脸再次道：“看到父亲生气的样子，赵家心中更加忐忑。不过他也不是个胆怯的人，很快抬起头看着父亲，坚定的道：‘是的，父亲，我的确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我感觉身上担子越来越重。’” 若是不早点实现环球航行的愿望，恐怕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赵家大声的说出上面这些话，立刻低下头，不敢再看父亲，因为他以为接下来会被父亲臭骂一顿。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预想中的臭骂并没有出现，反而只见赵岩忽然轻叹一声，然后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母亲说的不错，你们的确都已经长大了。” 也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的确不该太过于干涉你们的生活。听到父亲上面的这些话，赵家一下子抬起头，很是惊诧的看着赵爷。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当下十分兴奋的道：“父亲，您，您的意思是？不错，你若是想要去完成环球旅行的话。” 那就去准备吧。这次我来欧洲有两个目的：一是带你母亲和几位姨娘他们出来散散心；二来就是帮你坐镇欧洲，免得你走后再出什么乱子。赵岩这是再次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道：“这时他才忽然发现，赵家的个头竟然比他还要高出几分。” 加上这几年的磨砺，看起来更加成熟稳重。赵岩自问，当初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恐怕还不如自己的儿子。太好了，父亲，谢谢父亲，我就知道，您肯定会理解我的。赵家听到这，也不由得高兴的跳了起来。在自己父亲面前，他永远都是个小孩子，因此也最容易表现出自己的真性情。 看到儿子兴奋的样子，赵岩虽然也感到高兴，不过很快又沉下脸道：“佳儿，我理解你想要进行环球旅行的心情，但是你也太不知轻重了。欧洲那边虽然稳定，但是也需要有一个重量级人物坐镇。如果我没有来，你却又带着人走了，那欧洲这边怎么办呢？” 哪怕有苏辙他们这些人坐镇，但万一发生什么变故，动摇了这边的统治，还没什么。关键是欧洲这边还有数万的大宋军民，到时他们可就危险了。说到最后，赵岩语气变得严厉，因为他必须要让赵家意识到他身上重大的责任，否则日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恐怕赵家想后悔都来不及。 听到父亲的批评，赵家不禁惭愧的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这才低声道：“父亲，我错了。本来我打算让阿格尼斯和华尔都留在欧洲，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是现在想一想，阿格尼斯不懂政务，华尔更是个孩子，把他们留在欧洲作用其实不大。幸好父亲您来了。” 明白就好，我就是怕你这么做，所以这才风风火火的跑到欧洲来帮你做针。赵岩这是再次开口道：“正所谓知子莫如父，他就知道赵家若是真的去环球航行，肯定会把孙子赵华留下，这也是他来欧洲的主要原因之一。孩儿不孝，让父亲担心了。” 父亲，既然您来了，那我是不是随时都可以离开欧洲，去完成我的环球航行了？不行。出乎赵家意料之外的是，自己父亲这时却好像反悔了似的，竟然十分果断的拒绝了他。为什么呀？刚才父亲您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只是同意让你去准备环球航行的事，但是想要进行环球航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若是这件事做不好，就算我答应你母亲，他们也不会答应。赵岩这时忽然一笑，道：“赵岩到达欧洲后不久，就开始全面接管赵家手中的任务。至于赵家，则有两件事需要去做：第一是为他即将进行环球航行做准备；第二则是好好的陪一陪他的妻子杨嫣。而且，曹颖私下里还警告儿子：这次若是不让杨嫣怀孕的话。” 他就别想踏出欧洲半步，而且这件事也得到了赵岩的默许。其实也不能怪赵岩和曹颖，因为赵家和杨嫣已经成亲多年，夫妻二人虽然不像赵岩与曹颖那样多年没有生育，但也只有一个女儿。赵家是赵岩的长子，也是豫王府世子，所以赵家与杨嫣的儿子本来就应该是王府的第三代继承人。可是两个人却迟迟没有儿子。 为此，杨嫣的娘家，也就是天波府杨家，几乎都快愁死了。杨嫣的母亲每次见到曹颖，都要提这件事情。上次，甚至连杨怀玉也亲口向赵岩提出这件事，甚至还想亲自来欧洲，可惜为一些事情而耽误了。除了杨家的原因之外， 曹颖和赵岩也同样十分着急。虽说赵家和阿格尼斯已经有了儿子，但阿格尼斯一来不是汉人，二来不是正妻，所以赵华根本不能算是嫡子，也不能继承越王的爵位。当然，赵华身份也不差，因为他可以继承他母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位。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所以赵岩才刚到欧洲就接管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务。 然后让赵家专心的去陪杨颖。那么说起来，自从赵家来到欧洲之后，也的确有些冷落杨颖。幸好杨颖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再加上她又一心的喜欢赵家，所以这次才见到赵家之后，两人的感情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密了。自从抓住了小亨利，并且占据了英格兰王国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已经算是完全统一了。 不过，国内还存在着一些类似于大小诸侯国的贵族封地，巧媳妇儿当家。之前赵家每天忙的就是推行大宋的行政机构，将国化为一个个州县，收回贵族手中对封地的统治权。当然，那些贵族也不傻，很多人纷纷起兵反抗，然后呼延庆大军立刻就会扑过去进行残酷的镇压。当然，对于那些愿意配合的贵族呢，赵家也会给予丰厚的赏赐。 也正是靠着上面的恩威并重手段，赵家已经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中小贵族几乎清理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一些老牌的大贵族，他们手中不但掌握着大片的封地，而且还拥有实力强劲的军队，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硬骨头，这也是赵家一直没敢动他们的原因。不过，赵岩在接手政务之后，却对这些神圣罗马帝国大贵族没有丝毫手软。 首先，他立刻以神圣罗马帝国阿格尼斯的名义召集所有人来罗马议事，结果这些大贵族担心自己的安全，竟有大半没来。在这种情况下，赵炎自然毫不客气的出兵，以不服从皇帝命令灭掉其中两个势力最大的贵族，然后再次发出召集议事的命令。结果这一下，绝大部分大贵族都害怕了，纷纷赶来罗马议事。 剩下极个别没来的，自然再次受到军队毁灭性打击。这也是赵岩在借这些人立威。当剩下的大贵族聚集到罗马之后，赵岩就亲自主持了会议，并且还在会议上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贵族的封地不再由贵族自己管理，而是由帝国的官员代管，贵族只享受封地的一部分税收；第二。 则是为了保证帝国内部安全，除了帝国军队之外，任何贵族不得保留任何形式的军队，否则以叛国罪论处。无论是收回封地的管理权，还是解散罗马贵族手中的军权，对于贵族们而言，都像是割肉一般。 所以赵岩提出的这两点要求，自然被参加会议的所有贵族反对。可惜这时却已经由不得他们，毕竟他们现在身在罗马，完全在赵岩掌控之中。哪怕他们事先已经做好安排，但对于赵岩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首先，赵岩是逼迫着参加会议的大贵族在一份协议上签了字，然后赏赐性的将这些贵族的爵位进行了提升，并且要求他们的家人也一起进入罗马，而且还宣布，凡是逾期不到者，将被视为叛国者，到时帝国将会派大军进行清剿。其实，赵岩的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因为这可能导致剩下的大贵族为了自保而联合起来。 哪怕是死也不答应他的条件。如此一来，就算赵岩杀了这些贵族，但他们封地上立刻就会由他们的儿子、兄弟等人继承爵位，并且起兵反抗。到时恐怕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都会烽火四起。不过赵岩却很有把握，一方面他是在赌这些贵族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 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信心。推一万步讲，哪怕帝国内部真的烽火四起，他也不怎么担心。大不了加大力度清剿就是了。反正大宋这几年没有其他战争，国内的武器生产有着过剩，刚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消耗出去。其实赵岩之所以用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另外还有另外一层用心，那就是赵家要离开欧洲了，倒是由他坐镇。 虽然他在大宋的名望比儿子大得多，但这里却是欧洲，如此一来却是反了过来。而他担心赵家离开之后，会有人趁机作乱。毕竟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表面看上去十分平静，但是暗中的反抗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岩才采取了上面的手段：一方面是在赵家走之前解决掉国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件事。 快速地树立起自己的威望，这样就算赵家离开了，也不会有人真的敢做什么。事实上，赵岩赌对了，那些贵族在他的威逼下，很快就有金班的人答应了赵岩的要求，纷纷将自己的家人接到罗马，并且交出手中的权力。剩下的人想要顽抗，很快就再次遭到了赵岩的打击，结果最后不得不交出手中的封地与兵权。 至此，神圣罗马帝国总算消除了内部的隐患，彻底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贤王并非贤王，赵延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 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掌环球航行开启。几个月后，赵岩率领着一家人来到港口，为赵家送行。 其中，杨安一脸娇羞与不舍的跟在曹颖身边。前几天，大夫已经确定她怀孕，这也是让她欣喜无比。只是这才刚刚怀孕，赵家却又要开始她计划已久的环球航行。身为一个妻子，她不会阻止丈夫完成自己的心愿，只会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赵家这时登上自己乘坐的船只甲板，然后扭头向码头上的家人挥手告别。 当看到父母与妻儿时，他也不禁有种想留下的冲动。但是想到自己从小就立下的志向，以及这些年环球旅行所做的准备，终于还是让他狠下心,心来。不过，他也在心中暗自发誓：等到这次环球航行结束之后，他就再也不受害了。日后专门在家陪着父母妻儿过一辈子。码头上，赵岩看着船头玉树临风的儿子，眼睛也不由得溢满泪水。 虽然他早就同意了赵家进行环球航行，但一想到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他还是禁不住十分的担心，甚至想要反悔，让赵家留下来。不过最后却还是忍住没有开口。父亲，儿子去了欧洲的事情就劳您费心了。这时，甲板上的赵家郑重的向赵岩行了一礼，然后大声开口道。 去吧，一路多加小心，万事以自己安全为重。我和你母亲在这里等你回来。赵岩这时也高声道：“环球航行虽然很有意义，但是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不及自己儿子的安全重要，这也是他再三叮嘱的事情。”接下来，赵家又向曹颖等人行礼告别。参加这次航行的其他人也同样在与家人朋友告别。 一时间，整个港口上伤感无比，到处都有人伤心落泪，因为这次的航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甚至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回来。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参加航行的人都是自愿的。这些人都是赵家以前一点点集合起来的，他们都是和赵家一样，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所以哪怕前途存在着再大的危险，他们也绝不会退缩。 经历了伤感的道别之后，清晨的朝阳已经挂在了东方的天空。于是赵家他们的环球船队也终于缓缓起航。这次赵家的船队清一色都是风帆船只，因为他们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航行，路上很可能找不到燃料补充，所以蒸汽船根本无法使用。 另外，参加这次环球航行的人虽然都是自愿的，但数量并不少。整个船队有二十艘大船，船队中的人数也超过千人，其中有一半都是出身于海军。这些海军将士既是船队的核心力量，同时也让船队拥有了相当强悍的武力。哪怕是遇到海盗，也不用担心。如此一来，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大海上恶劣的自然条件。 毕竟谁也不知道会在海上遇到什么。赵岩目送着儿子的船队离开，一直等到船队慢慢的消失，这才扶着曹颖回去。这时，曹颖却早已经泣不成声。虽然他比赵岩还要开明一些，但是女人毕竟是感性动物，理智上的支持并不能完全取代感情上的悲伤。事实上，昨天晚上他就几乎一晚上没睡，而是忙着给赵家准备远行的衣物用品。 今天早上和杨烟准备那些东西加在一起，足足用了两辆马车才运到船上。送走了儿子之后，赵岩继续巩固着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前他虽然逼迫那些大贵族交出手中的封地和他的军队，但是想要完全接手这些封地和军队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有一些贵族并不死心，私下里依然活动频繁。千万不能小看这些人的能量。 大宋在欧洲的根基毕竟还很浅，而且表面上打着阿格尼斯的名号，也只能糊弄一时。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阿格尼斯背后是大宋。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完全被大宋掌控。别的不说，光是派往各地的官员中，其中大部分都是宋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不甘心失败的人都宣称，这是一场异族入侵，与当年上帝之鞭阿迪拉一样，都是黄种人对欧洲白种人的入侵，而且还要彻底的奴役他们。所以，他们这些白种人必须团结起来反抗，把宋人赶出欧洲的领地，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黄种人的奴役，获得自由。 上面的宣传已经带有一定的异族意识，不过很可惜的是，欧洲这里的普通人基本没有什么文化，以前受教廷、帝国和贵族三重剥削，生活极其困苦。现在宋人的到来，使得他们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这也让普通人对宋人很有好感。所以那些反动贵族宣称的那一套人理论，并没有太大市场，所以他们这些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除了帝国内部的敌人，另外神圣罗马帝国还面临着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说起来，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欧洲并不只有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国家，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王国，比如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王国等。另外，当初英格兰王国也同样是个独立王国，只是因为小亨利的原因才被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然，欧洲的那些王国一般实力都不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并不大。 哪怕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匈牙利王国，还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半，而且之前赵家与赵岩在帝国内部的军事行动，也极大的震慑了周边各国，所以这些国家也不敢轻易的招惹神圣罗马帝国。更何况，这个强大的帝国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神秘的大宋帝国。 不过，欧洲并不仅仅只有那些小王国，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帝国，那就是古老悠久的东罗马帝国。严格的来说，东罗马帝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他们国家有近半的领土属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地区，而且为了这片领土的争夺以及信仰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与中亚地区的国家异族乱战不断。 波斯帝国倒下，更加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又站了起来。好不容易等到阿拉伯帝国分裂，结果又崛起了一个塞尔柱帝国。而无论是东罗马帝国还是塞尔柱帝国，对于赵岩他们控制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把海里的俘虏都救上来吧，上头可能还有用。 旗舰上的宋军将领再次吩咐道：“紧接着，各个战船开始搭救这些水中的俘虏，最后统一关押在各个战舰之上。然后，这支舰队返航，将这些俘虏送到吉维塔吉维亚港。与此同时，另外还有两支大宋舰队在地中海活动，只是遇到塞尔柱帝国的战舰，立刻就会扑上去进攻；只是当遇到地中海的另一大势力。” 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战船时，大宋舰队并不会进攻，反而还会友好的上前与对方交流一番，甚至有时呢还会相互交换一些礼物与物资，比如大宋的罐头就十分受东罗马帝国士族欢迎。因为这些东西不但好吃，而且还耐储藏，对于海军将士而言十分的重要。之所以出现上面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赵岩正积极的与东罗马帝国接触。 希望可以与对方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结盟。至于塞尔柱帝国的海军，自然成为此次结盟的牺牲品。赵岩正是借此向东罗马帝国表达自己的善意。不过，东罗马帝国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或者直接说对大宋，还是抱着几分戒备与敌视。他们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虽然不算特别亲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还算是敌人。 但他们毕竟都是基督教国家。虽然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教，教义有很大的差别，但毕竟属于同一个宗教。而且大宋对天主教廷所做的事情，他们也都知道了。所以东罗马帝国一些人对大宋也颇为不满，甚至还有人叫嚣着要联合欧洲其他王国把宋人赶出欧洲。当然，东罗马帝国也有不少人认为。 大宋的实力强大，而且还拥有着无比灿烂的文明。他们东罗马帝国东方有塞尔柱帝国这个强敌，实在不宜再招惹大宋这个更加强大的帝国。这些人算是比较清醒的，能够认清现在的局势，因此他们也都同意与大宋结盟，甚至他们还希望可以从大宋那里得到一些支持，借助大宋的实力打败塞尔柱帝国。等到解决塞尔柱帝国，再回头对付大宋的入侵也不晚。 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所以东罗马帝国内部对于是否与大宋结盟的事情也吵成一团，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至于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也同样拿不定主意。说起来，阿历克塞一世算是一个十分有作为的皇帝，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帝国就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阶段，东方有塞尔柱帝国的入侵，北方有诺曼人入侵。 他从他叔叔手中接过皇帝的皇位，建立了常备的海军、陆军，加强中央戒备，甚至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竟然超没了教会的财产，最终使得东罗马帝国终于摆脱了当时的困境，暂时打退了外界的敌人，使得帝国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局势之中。阿历克塞一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点从他敢于超没教会财产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得他与东正教会的关系十分紧张，所以他对大宋对天主教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反感，甚至若是换作是他，他可能做的更过分。不过，阿里克塞一世有自己的担心。 那就是大宋不远万里的跑到欧洲，表现的又是那么强势，因此他担心神圣罗马帝国并不能满足大宋的野心，日后很可能会对自己东罗马帝国动手，这也是他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的原因。罗马诚心建立的皇宫之中，苏哲正在向赵炎炳报道：“殿下，我们派去东罗马帝国的使节刚刚传来消息。” 阿力克在一世对结盟之事摇摆不定，他们国内也为这件事吵成一团，所以按照史杰的估计，恐怕这件事很难在短时间内定下来。赵岩听到这，却是淡定的一笑道：“没关系，反正结盟并不是咱们的主要目的，只要能够让东罗马帝国感受到咱们的善意，从而不把我们当成敌人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东罗马帝国应该没有精力对付咱们。虽然那个阿历克塞一世暂时稳定了东罗马帝国的局势，而且还打退了外界敌人的进攻，但是无论是东方的塞尔柱人，还是北方的诺曼人，都一直对东罗马帝国虎视眈眈。而且，我研究一下东罗马帝国的局势，现在他们国内行政的政策有很大问题。 虽然暂时增强了他们的国力，但日后万一爆出来，恐怕会给东罗马帝国带来沉重的打击。这时，苏哲却提出不同的意见，道：“他从一开始其实就认为东罗马帝国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威胁。有备无患吧，就算是东罗马帝国不会给咱们带来威胁，但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也并没有坏处，特别是地中海这片地域，日后肯定需要一个霸主。” 那就是我们大宋海军，再加上塞尔柱帝国的东方疆域也几乎快要和我们大宋接壤，所以现在消灭他们海军可以削弱他们一些实力。至于东罗马帝国的海军，可以暂时放一放，日后再想办法解决也不迟。赵岩听到这，则是微笑着开口道：“其实赵岩也有些无奈，他们的实力虽强，但已经扩张到极限。” 大宋不可能在欧洲投入更多兵力，所以现在对于他们而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环境，发展，直到完完全全消化掉神圣罗马帝国这片土地。陆地，快看前面，好像有一片陆地。船上的瞭望手忽然挥舞着手中的望远镜，兴奋的大叫道。 这是他们离开欧洲后的第五十天，第一次发现海上的陆地，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美洲，所以瞭望手才这么的高兴。太好了，加快速度前进，争取早一点到达陆地。甲板上的赵家听到这也同样十分兴奋的道：“之前他率领着环球船队离开欧洲之后，就一路向西航行，期间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危险。” 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大西洋上的风暴。有一次，他们甚至被吹离了航线，幸好他们可以通过船上的各种航海仪器定位，最后又寻找到正确的航线继续前行。太好了，终于发现陆地了！按照咱们航行的时间来算，差不多也该到美洲了，除非咱们之前估计的距离有问题。 这时，站在赵家旁边的一个青年将领也高兴的开口道：“这个青年将领正是赵家的好友杨世亮，他也是环球航行船队中的重要一员。本来李成也同样想参与这次航行，可惜却被他父亲阻止了。总算可以找到不晃的地方睡个好觉了。再这样下去啊，贫僧可真要受脱相了。” 这时，站在赵家另一侧的一个高大僧人也开口笑道：“若是赵岩，这时见到这个僧人，肯定会吓一跳，因为这个僧人正是之前与他一起去欧洲的了缘。不过，相比几个月前弥勒佛的模样，现在了缘却变瘦了许多，宽大的僧袍松松垮垮的穿在他身上，像是套浴袍似的。” 本来他胖的时候并不显得太高，可是现在一瘦下来，立刻就显得高高瘦瘦。不过看起来呢，更像是一个得道高僧。本来了源是个闲不住的性子，他去欧洲传教事情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多走一走，见识一下其他地方的风土人情。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刚刚到达欧洲没几个月，就听说赵家要进行环球航行的事情。 结果他是一时心痒，立刻找到赵家报名。幸好赵家也觉得船队中有一位佛法精深的大师在船上，可以缓解船队中船员在长时间航行之后产生的焦虑情绪。于是他们二人是一拍即合，了缘成为了最后一名确定参加环球航行人员。不过了缘虽然参加环球船队，但却为此吃了不少的苦。他倒不是晕船，事实上。 他从大宋来到欧洲，一路上乘船，就算是晕船也适应了。不过之前在大西洋上航行时遇到大风浪，他为救一个船员，差点被浪头打到海里。后来可能因为冰冷的海水和寒冷的海风，让他着了风寒。本来年纪又大，生病时在船上晃晃悠,悠悠，根本休息不好。结果这场病差点要了他的命，但最后还是挺了过来。 但是整个人瘦了好几十斤，若是不熟悉的人见到他，恐怕根本就认不出来。就在赵家和了元他们说话的时候，船队在加速向前方的陆地行驶。不过当他们靠近这片所谓的陆地时，却失望的发现，这片陆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陆，而是一片群岛。 刚才因为离得远，所以这片群岛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片广阔的陆地，这让赵家他们还误以为真的到达美洲大陆了呢。哎，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按照咱们选择这条航线到达，应该是南北美洲的中间位置，也就是中美洲。这里有一片名叫加勒比海的海域，这片海域中。 岛屿密布，想要达到中美洲必须通过这里，所以我怀疑咱们是不是到了加勒比海了？这时赵家忽然想到什么，开口道。说完之后，只见他立刻回身打开地图，果然发现，在中美洲的东侧海域被标注为加勒比海。不过这幅地图呢，却是赵延平记忆自己画的，只能作为参考。 毕竟上面连各个大洲的形状都画的十分不准确，所以只能提供一些模糊的地名和参考。若是真的按照这份世界地图来环游世界，恐怕永远无法完成环游地球的任务。燎原和杨世亮这时也全都围上来观看，其中杨世亮很快接着开口道：“不错，咱们选择这条大西洋航行上几乎没什么大的岛屿。” 只有靠近美洲大陆的加勒比海有数量众多的岛屿。以咱们现在看到岛屿数量来看，应该就是加勒比海了。别管是什么岛啊，咱们还是找个有水源的岛上去停靠一下，既能更换船上的淡水，又能寻找一些食物。贫僧这几天吃鱼都快吃吐了。 这时，了缘忽然开口道：“他是个贪图口腹之欲的和尚，可是上了船之后，除了罐头就是海鱼，这些东西偶尔吃还行，但若是顿顿吃，简直是折磨人的肠胃。至少了原是有些受不了。想当初，他和赵岩乘坐欧洲号去欧洲的时候，船上可是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每天都不带重样的。”听了了原的话，赵家和杨世亮都是一笑。 他们都是海军学院毕业的，对于海上饮食早已经习惯。不过连着吃了几个月的罐头和海鱼，自然也都有些厌恶。这次能够遇到这么多岛屿，而且看岛上植物茂盛的样子，想必不会缺少食物来源。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 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 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 四张，海岛上的盛宴，陆地上都有望山跑死马的说法，海上则是望岛跑死船。从发现这些岛屿到达最近的那座岛屿，他们足足花费了将近两个时辰。而且第一个岛屿的面积不大，岛上的植被也不多，所以赵家也没有在岛上停留，而是继续向前。 直到找到一座面积相当大的岛屿，并且在岛屿边还发现了一条入海的河流，这才将团队停靠在入海口的位置，然后派出小船上了岸。之所以选择这种植被茂盛的大岛，除了有淡水和食物的资源外，在这种岛上也有可能存在着当地的土人部落，也就是美洲的土著。 如果能够遇到这些土著的话，说不定可以从他们那里交换一些食物之类的东西，而且也可以向他们打听一下周围的情况。当然，语言不通是个很大的障碍，但人类的交流可不仅仅靠语言，用其他方式也可以交流，而且还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美洲土著的语言，为日后的交流打下基础。哇！ 杨世亮率领着一支小分队，划着小船向面前这座大岛上划去。船桨在洁净无比的海水中滑动，惊动了下层鱿鱼四处乱窜。沙滩上，海鸥被到来的宋人吓得腾空而起，打破了海岛上宁静的画面。当小船靠岸之后，杨世亮率领着船上的人上了岸。这些人全都是海军将士出身，现在也是全身铠甲，手中拿着武器。 因为他们虽然很想与当地土人交流，但并不是所有土人都欢迎外来者，甚至有些土人还吃人。这种事情在他们南洋遇到过多次，所以每次到达一个未知的区域时，他们都要做好最严密的防备。毕竟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什么。四处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杨世亮手中执着弓箭，对身后的将士们吩咐道：“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这些海军将士立刻分成小队，向四周散开，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将周围的环境检查了一遍，以防有什么危险隐藏在其中。”整整搜索了一个多时辰，各支小队纷纷前来禀报，周围并没有发现土人活动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什么猛兽活动的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岛上就没有土人和危险。 毕竟他们搜索的只是一小片区域，而且就算没有猛兽，但是岛上却有不少毒虫之类的东西，一不小心还是可能为船员们带来危险。当下，杨世亮派人将搜索的结果报给赵家，于是赵家宣布岸上暂无危险，除了必要人员留守船之外，剩下大部分船员都乘着小船上了岸，并且在岸边扎好了帐篷。 他们今天晚上将在这里宿营，而且明天将对这座岛屿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察。上岸之后，杨世亮等人又分别率领了几支队伍外出打猎。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岛上的森林中就响起清脆的火枪声。火枪的研究几乎与火炮同时展开，但因为种种条件限制，使得火枪的研究一直进展不大，直到前几年才研究出可以投入实用的火枪。 不过现在军队中还没有大规模装备，因为大宋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敌人，所以火枪的换装速度也比较慢。不过赵家他们的环球船队却是优先装备了火枪。等到天色将晚的时候，杨世亮这些打猎的队伍相继归来，这些小队全都带来了大量的猎物，其中有不少鸟类。 不过，最多的猎物却是一种个头像兔子，但长得有点像老鼠的猎物。据杨世亮他们说，岛上很多这种动物。另外，更让人没想到的是，竟然有两支队伍带回来三条鳄鱼，其中一条最大的鳄鱼足有三米多长。不过，这也给赵家他们提了个醒儿。他吩咐所有人不要轻易靠近水边，免得被鳄鱼袭击。当夜幕降临之后。 赵家他们在营地的沙滩上升起巨大的篝火，各种猎物经过处理后被送到各个篝火，或是架在火架上烤，或是放在大锅里煮，各种调料也随同放进去。另外还有采摘的新鲜野果和野菜，这也是船员们最期望的食物，因为在船上待的这将近两个月，平时连点绿色都见不到，这时看到这些野果和野菜都馋得厉害。 赵家和杨世亮、了源等一些船队的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一边吃着烤肉野果，一边讨论着接下来船队行动计划。以这个岛上的情况来看，这个岛屿很可能就是加勒比海东侧边缘的某个岛屿，在向前就是美洲大陆。而且据赵家所知，这些岛屿上也生活着许多土人。 这些土人就是从美洲大陆上迁移到这里的，语言也差不多。若是能够在这里搞清楚这些土人的语言，那么日后美洲大陆的土人交流也就方便多了。毕竟有了交流，那么就可以避免许多冲突，甚至为日后开发美洲打下良好的基础。赵家他们这边商量着事情。 其他船员们已经开始一场盛大的宴会，各种肉食、水果与蔬菜被放到沙滩上，任由所有人去吃。而且还有船员载歌载舞，现场是一片的欢腾。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守船的人。几艘小船载着食物送到船上，犒劳那些守船的兄弟。不过，这些船员庆祝归庆祝，但却没有人喝酒。 毕竟他们刚刚到达这座岛屿，谁也不知道岛上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绝对不能喝酒。而且晚上还安排了不少人值夜。这场庆祝宴会一直持续到半夜才结束。赵家他们最后也加入进来，虽然没有酒助兴，但最后气氛依然十分热烈。没有出过海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到，当船队在海上飘荡几个月后，猛然间遇到一块陆地时的那种喜悦。当天晚上。 了源终于不用再想船上是睡在那张晃晃悠悠的吊床上了。虽然帐篷里只有地铺，但他依然睡得十分香甜，直到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他才终于醒来。这在以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因为了原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做早课，几十年来风雨无阻。可是今天竟睡过了头。 等到了元穿上衣服出了帐篷，刚巧看到赵家他们也伸着懒腰从帐篷里走了出来，看来也都是刚刚睡醒。结果这让所有人都不禁哈哈一笑。这时，其他帐篷里的人都纷纷起床，然后将昨晚的剩菜热了一下，充当早餐，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忙碌。首先，赵家他们想要沿着这个大岛转上一圈 寻找一下当地土人的踪迹，顺便考察一下这个岛上的环境，并且还要在海图上标注这个岛的位置，方便日寇新航线的开发。不过，岛上的丛林密布，想要从陆地上绕岛一周并不容易，所以赵家他们最终决定划着小船沿着海岸转上一圈，这样就轻松多了。当下，赵家很快做出安排，挑选出一部分精锐船员作为此次考察的主力。 剩下的船员则守在营地，而且赵家自己也参加了这次考察队伍。虽然有些人担心他的安全，但他却执意如此，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在美洲发现的第一座岛屿，他自然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说起来，赵家他们运气也真不错，就在他率领的小船离开营地的海岸没多久，很快就发现了岛上还有一条更大的河流。 河面足足比他们营地旁边的那条小河要宽上数倍，而且水流量也很大，足以让他们的小船沿着河划进岛内。不过，更让赵家他们惊喜的是，他们在河面上看到一些土人正划着独木舟在河面上捕鱼。赵家他们发现这些土人的同时，那些土人也发现了他们。刚开始时，这些土人。 对赵家这些外来人感到十分警惕，船上的土人纷纷拿起武器做好战斗准备，但却没有主动进攻，而是派出一只小船划向赵家他们这边。船头上一个看似头领的大声向他们喊着什么，可惜赵家他们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看对方的样子，好像在询问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看到对方派人与自己接触，赵家不禁松了口气。像他们这样第一次与土人接触时，最担心的就是对方不问青红皂白的发动进攻。虽然以他们的实力灭掉土人部落并不难，但他们并不是屠夫，来美洲只是想探索发现这个世界，而不是为了毁灭当地文明。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想与当地人发生冲突。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家很快派出一只船上前，然后来到土人的小船接触。双方虽然言语不通，但却可以通过手势、表情、动作来交流。而且赵家他们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他派去的正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才。以前在南阳等地，经常与一些语言不通的土人进行沟通，而且还懂得许多土人的语言。有他们与土人交流，也可以更快地掌握对方的语言。 也许是当地土人十分友好，或许是那些沟通人才起到关键作用，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远比想象中要顺利。特别是赵家这边的人拿出少量的布匹和瓷器赠送给对方时，更让对方喜出望外，并且还做出邀请赵家他们去部落里做客的动作。对于这些土人的邀请，赵家他们却不敢轻易答应。别以为土人都是老实憨厚的。 有些土人也十分奸诈，所以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细之前，他们绝对不敢冒任何的危险。不过，他们倒是反过来邀请土人去他们的船上，这样一来可以探测一下土人的态度，二来呢也可以向土人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毕竟对于土人来说，高大的战船就像是海上的宫殿一般。赵家他们能够驾驶这样的船只而来。 自然会对土人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当地的这些土人应该都是些心思单纯之辈，他们对于赵家这边邀请他们去船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估计这些土人呐、啊，也很想知道这些外来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另外，他们对赵家送给他们那些布匹和瓷器也十分感兴趣，甚至若是有可能的话，他们也很想与这些外来者做一些交易。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家他们很容易就带着这些土人来到自己停靠船舶的海域。结果，当那些土人见到海面上的巨船时，全都震惊的说不出话。而且，赵家还十分大方的带那个头领上船转,转了一圈，并且还提出了与对方做交易的要求。结果，这也正合了对方的意义，于是双方约定明天上午。 赵家可以将船开到之前土人捕鱼的那条大河边停靠，到时土人会带着食物、淡水等前来和赵家他们交易。第二天一早，赵家等人就回到船上起航，来到土人捕鱼的那条大河入海口准备交易。本来他们来的已经够早了，可是没想到岛上的土人来的更早。 当他们的船来到这里的时候，只见海边的沙滩上已经站满了土人，老人、女人、孩子都有，每个都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也让赵家十分羞愧，因为这种情形一看就知道，对方肯定是诚心诚意的想与他们交易，否则根本不可能把女人、孩子都带来。 岸上的土人看到赵家他们战船到来时，一个个都是震惊的无以复加。昨天已经见过这些船只的那些土人，则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大声用土语向周围的人说着什么，似乎是在向同伴们炫耀自己昨天已经登上这些高如山一般的大船。因为大河的河面宽阔。 入海口的水深也足够，所以赵家他们的船只直接开到入海口的位置，然后这才放下小船，载着货物上了岸。其实他们的货物也不多，主要是一些布匹、瓷器之类的，另外还有吃罐头剩下的玻璃瓶，这些对土人都很有吸引力。至少在南阳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事实上，精美的东西在哪里都受欢迎。 赵家他们的船靠岸之后，立刻有土人围了上来。而当赵家他们把船上各种货物拿出来时，这些土人也一下子沸腾了，纷纷抢上前打算和赵家他们交易。不过双方语言不通，而且货物的交换也没有现成的比值，所以自然不可能直接交易。最后双方还是派出代表的人物进行商讨。 这个商讨的过程呢，十分的有趣儿。比如赵家这边拿出一个玻璃瓶放在沙滩上，然后土人呢拿出一定的食物。若是赵家这边觉得少，那就示意对方继续加。当然，对方若是觉得不划算呢，也会要求和赵家这边加货物。就这样，在比比划划之中确定了交易的比值，然后这才开始了正式的交易。 船队需要的只是土人的食物，而这些土人主要的食物呢，是一种名叫泰诺的粉状物，看起来和面粉差不多，不过味道有些差别。后来赵家他们才知道，原来这种面粉呢、啊，其实是木薯粉。不过一般木薯有毒，但是这些土人用特殊的方法将木薯的毒性去掉，从而变得可以食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家他们就称当地的土人为泰诺人。 这一片群岛呢，也被称为泰诺群岛。另外，也正是通过这次交换，也终于让赵家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辣椒、玉米，看来不错。这里就算不比加勒比海，也肯定是美洲附近的岛屿，因为这两种作物本来就原产于美洲。赵家看着今天交换过来的食物，当下十分肯定的道：“除了木薯粉之外。” 泰诺人还交换了不少其他食物，玉米和辣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另外还有一些不能接受的食物，比如虫子和蜥蜴之类的，这些东西他们可吃不下去。是啊，这次交易很成功，不但让我们更加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更关键的是与泰诺人打下了一定的友谊基础。现在船上的通译已经积极的与泰诺人接触，希望可以早点学会他们的语言。 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另外，据今天泰诺人头领交流得到情报，他们的祖先好像是从西方大陆迁移到这里的。这时，杨世亮也笑着开口道：“好了，你们两个呀、啊，不要再讨论这些无聊的问题了。泰诺人辣椒的味道不错呀，辣味很足。我呢，去做几道菜，好好的庆祝一下。船上的辣椒酱早就吃厌了。” 还是新鲜的辣椒更好吃。这时了缘却是大笑着开口：“他是个贪吃之人，厨艺虽然比不了他师弟徐远，但也算是不错。现在有这么多新鲜食材，再加上前段时间又瘦了那么多，现在自然要补回来。” 杨世亮和赵家听了了缘要亲自做菜，当下眼睛一亮，笑呵呵的上去帮忙。船上虽然也有厨师，可手艺比了缘差了太多。只是前段时间了缘病了，差点连老命都搭理，他们也好长时间呐、啊、没尝到了缘亲手做的饭菜了。 赵家和泰诺人的交易一直持续到晚上才结束，而且就算交易结束后，泰诺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在沙滩上升起火堆做起晚餐，男男女女载歌载舞，与赵家他们这些宋人搞起了联欢。而且泰诺人的女人十分开放，在吃饭时，就对一些年轻的船员们抛媚眼这些船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船上憋了几个月。 这时正是火气旺的时候，所以双方也是一拍即合。等到晚饭过后，这些成对的狗男女就钻到沙滩外的草丛里办事对于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赵家他们并不会阻止，因为船员们发泄一下火气也可以调整他们的心理。另外，很多土人部落都愿意让部落的女人与外人交配生子，比如泰诺部落里的男人看到自己女人与船员们钻到丛林，他们非但没有任何气恼。 反而还乐呵呵的大声鼓励，这在大宋根本是不敢想象的场景。赵家身为船队的统领，自是有不少女人接近他，不过他却都装聋作哑的拒绝。这一点他是受他父亲赵岩的影响。虽然他在感情上可能不会只爱一个女子，但是只要娶了对方，他就会对自己妻子忠贞，从来不会在外面乱搞。 这一点他可做不到，像自己好兄弟李成那样处处留情。光是家里女人都快组成一个百人队了，若是算上外面的女人，基本上千人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赵家没去了，元年纪大又是和尚，自然也没去。不过杨世亮却去了，毕竟是个年轻人，而且他和赵家不一样，因为他还没有成亲。说起来，以他的年纪，早就该成亲了。家里也说了好几次媒，可是杨世亮却都对女方没感觉，所以一直拖着不肯成亲。为此，他的婚事都快成他父母的心病了。不过杨世亮倒也不像赵家那么保守，平时呢，与李成也偶尔出去胡闹。 现在对于这些送上门的泰诺族女子，自然不会拒绝。更何况泰诺人虽然黑了点但五官倒是和宋人有点相像，倒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审美。一夜风流之后，不知道多少土人女子怀上大宋船员的孩子。不过这些并不是少家所关心的，他关心的则是通过这件事后，他们与泰诺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所以赵家他们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继续留在这里，与泰诺人加强交流，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从他们部落的传说中了解更多关于美洲大陆的情况。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 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 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当骑师赵俊。 就这样，赵家他们在泰诺岛一直待了一个多月。船里的通译基本掌握了泰诺人的语言，比如了元本身就精通多种语言，而且又学识渊博，所以倒是比一般的通译更早的掌握泰诺人语言。而且他还对泰诺人的语言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方便其他人可以更快的掌握。一个多月后，赵家他们终于决定再次起航，继续向西。 航行,行到达传说中的美洲大陆，不过他们离开的消息却让泰诺人十分的不舍。泰诺人头领甚至几次表示希望他们留下，可是赵家他们是不会停下自己探索世界的脚步，所以最终他们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只不过在他们离开的那天，全体泰诺人都来到沙滩上为他们送行，特别是那些泰诺少女们，更是一个个恋恋不舍。 因为这段时间，他们与船员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特别是这些船员出手大方，送给他们一些衣物、瓷器等，这也更让他们舍不得对方离开。赵家手下船员们其实也有些不舍得，不过他们心中有更加远大的目标，所以最后都是毅然的上船离开。只是在船离开之时，他们站在甲板上，也不停的向沙滩上挥手。杨世亮也是其中之一。 这段时间，他勾搭上一位美丽的泰诺少女，而且还建立起一些感情。甚至之前他还想把对方带上船，可惜对方却不同意，这让杨世亮十分的失望。不过，船队刚刚离开泰诺岛才两天，杨世亮这些人就已经从离别的悲伤中恢复过来，船队。 在赵家的指挥下，继续向南。期间，他们又遇到不少岛屿。只要是具备生活条件的岛上，几乎都有泰诺人生活。虽然他们与之前泰诺人不属于同一族，但语言和习惯却是相通的，这也方便了赵家和对方交流。就这样，又航行,行了两天之后，美丽富饶的美洲大陆终于出现在赵家他们眼。 大宋皇宫巍峨的垂拱殿中，赵旭坐在龙案后面，手托着下巴，看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发着呆。刚刚把今天政务处理完，他又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所以这时显得有些百无聊赖，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只见赵旭忽然叹息了一声，开口道：“啊，也不知道大哥他们的船到哪了。” 是不是已经找到美洲大陆了？五弟啊，你就不要担心大哥了。他从欧洲离开时，三叔肯定已经帮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不过这个世界太大了，想要从欧洲绕过大半个地球到达咱们大宋，恐怕没个一年半载的很难回来。就在赵旭的话音刚落，只听大殿一旁传出一个有些阴柔的声音道。 听到这个声音，赵旭当下扭过头去，只见他右手边的位置放置着一张矮机，矮机上放着一张棋盘，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子坐在棋盘后，正在自顾自的下棋。刚才正是他开口说的话：“三哥，你不是说来宫里陪我吗？怎么从一开始你就在自己下棋？天天盯个棋盘，你不累吗？” 赵旭看这个瘦弱的年轻人，也不禁笑道：“这个年轻人正是他的三哥赵俊。说起当初赵岩挑选太子的时候，赵俊也是其中之一。只是赵俊身体一向不好，而且除了痴迷于棋之外，并没有其他特点，各方面表现十分平庸，所以并没有引起赵岩的注意。你还好意思说？我本来是想进宫陪你的，可你倒好，从我进来就在批阅奏折。” 无聊之下，我只能自己和自己下棋。你现在要是有空的话，就来和我下一盘，也算是我这次进攻没白来。赵俊这时手执棋子，敲着棋盘，对赵旭笑道：“他从小就是个棋师，一向都是手不离棋，哪怕是进宫来探望赵旭，也同样是找赵旭来陪他下棋的。”我才不下呢，从小时候开始我就没赢过你一次，这些年你又专心的钻研棋艺。 据说连几位国手都下不过你，我这个围棋半吊子和你下棋，岂不是自己找虐？赵旭听到下棋，却是想都不想的就拒绝道：“本来赵旭做了皇帝后就十分孤独，特别是在赵家和三叔赵岩相继去了欧洲后，他就更寂寞了。而且连赵信、赵毅等兄弟也纷纷离京，平时他就连个说话的都找不到。” 幸好三哥赵俊因为自幼身体不好，一直待在京城养病，所以这段时间他有空就去赵俊府上转一转。礼尚往来之下呢，赵俊自然也要来进宫探望一下自己的弟弟。于是他们兄弟二人这段时间倒是走得很近。不下就算了，反正你那点棋啊，也真是拿不上台面。和你下棋，我还得想办法让着你，好让你输的不那么难看。 赵俊听到赵旭的拒绝，反而开口笑道，话里话外根本没有把赵旭当成一个皇帝，而是还像以前那样当做自己的弟弟。不过这也让赵旭十分高兴，因为只有摆脱自己皇帝的身份，才能与别人正常的交流。可惜绝大部分人都无法看透这一点，这也是他身为皇帝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的主要原因。幸好自己这位三哥赵俊并不是这样的人。 这也是他最近才发现的。兄弟二人开了会儿玩笑，然后赵旭提议外出走一走。赵军刚好把手中这局棋下完了，于是丢下棋子，和赵旭一起走出水孔店。今天的天儿不错，天空碧蓝一片，连个云丝儿都找不到，更是难得的还没有风。 这在东京城的春天可是十分少见的，所以赵旭感觉兴致很高。当下和赵俊一起来到后花园里，结果这时花园里各种花卉开得正艳，更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哎呀，好美的御花园啊！当年在宫里时还不觉得，可是，在出了宫之后，我在自己府上也建了座花园，但总感觉差了些。现在回到宫里，果然还是御花园要漂亮的多。 这时，只见赵俊看着面前的御花园，感慨道：“再呵呵美的花园也有看腻的那天，这就好像美女一样，无论什么样的美女，看久了都感觉很平常。而且，无论花园建造的再漂亮，可是在我眼中啊，却还是无法与外界美景相比。”赵旭听到赵俊的话，却有些无奈的开口笑道：“这些抱怨以前他只会在赵岩和赵家面前说，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赵俊。” 听到赵旭的话，只见赵俊却是笑了笑，但并没有立刻开口，而是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道：“五弟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当初三叔选择你做皇位继承人，那么你就注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而我和大哥呢，也失去继承皇位的资格，但却得到了自由。而且现在我们都已经成年了，各自的命运都已经固定下来。” 所以没必要再为注定得不到的东西而劳费心神。赵俊的话可谓是十分的大胆，若是让别人听去的话，说不定怀疑他别有用心。不过赵旭最想听的就是别人和自己说实话，而且他对亲情一向十分重视，所以他并没有感觉赵俊的话有什么不妥，反而还觉得赵俊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旭听后也是沉默了许久。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终于开口道：“三哥，你说的不错。以前三叔和大哥也这么劝过，不过他们说的比较委婉。当时我又太年轻，所以根本体会不到。不过今天听到你的这些话呀，我算是完全明白过来了。嘿，五弟呀、啊，你不必和我客气。” 在咱们兄弟之中呢，就属你最聪明，所以这些道理就算我不说，你肯定也会想明白的。呃，另外我听说你准备要去泰山封禅，而且大哥已经去泰山那里帮你打前站了。等到这次封禅成功，武帝你肯定可以秦皇汉武那样名垂青史。 听到赵俊提到封禅这件事，赵旭露出兴奋的表情，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外出的机会，为此他也是十分重视。赵俊口中“大哥”并不是赵家，而是他的亲大哥赵毅，而且算算时间，好像封禅的日子也快到了。美洲，我来啦！哈哈哈哈哈！哈哈。 赵家站在船头，对着面前这广阔无垠的土地高声喊道，而他旁边的杨世亮等人同样纵声大叫，以此来发泄着心中的兴奋。离开泰诺群岛四天以后，他们终于到达真正的美洲大陆。等到赵家他们船队靠近海岸时，只见岸边郁郁葱葱，到处都是茂密的雨林。按照纬度来算，这里应该属于热带，也就是中美洲附近。 所以，陆地上丛林密布很正常。而且，按照赵家他们的观察，肯定也有土人生活在丛林里，因为他们在海滩上看到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不过，他们可不敢上岸进入丛林。一来，他们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二来，丛林的危险也太多了，也许一只小虫子就可能要了人的命。他们可不敢冒险。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邵家他们的船沿着美洲的海岸向南行驶，希望可以遇到岸上的土人。另外，他们想绕过美洲，就必须从南美洲的南岸绕过去。至于这，这也是绕过美洲的围道当然，北美洲北端也可以绕过去，但是那里靠近北极，到处都是冰山，他们的船只根本无法通过，所以还是从南端绕过去安全一些。 就这样一直向南行驶两天之后，赵家他们终于来到一处突出于海上的半岛。而在半岛上，他们终于发现当地的土人，而且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土人竟然在半岛上建立了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市，而且城市就离海岸不远。赵家他们站在船头就可以看到陆地上高大的城墙，而且海面上有不少土人划着小船在海中捕鱼。 对于赵家他们的到来，这个城市的土人开始表现的十分警惕。不过，赵家他们主动派人与对方接触之后，现在这里土人语言虽然和泰诺人有区别，但是勉强还是可以交流的。所以，他们立刻表明自己来意，并且还拿出礼物赠送给对方的头领。相对来说呢，美洲的土人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这里的土人能够建造起规模宏大的城市。 这说明他们的文明程度比较高，也更愿意和外界做交流。所以，当他们得知赵家他们来自遥远大海彼岸，而且还带着大量新鲜货物的时候，这让当地土人很快就放下了对赵家他们的戒备，甚至这座城市掌管者还提出上船参观的要求。这也正合了赵家他们的意。 趁着对方参观的机会，赵家他们也打听到更多关于当地的情报。比如，他们得知这些土人一般称自己为玛雅人，是整个中美洲地区数量最多的土人。而且，他们玛雅人已经发展出极高的文明，各地已经出现了奴隶式的城邦。他们面前这座城市正是玛雅人的城邦之一，名字叫做瓦哈克城，城中的总人口达到三万多。 几乎可以和大宋的上限相比，而且还不是玛雅最大的城邦。据说有些玛雅人的城邦啊，人口竟然超过五万。虽然这种城市规模远无法和大宋城市相比，但也算十分不错了。要知道，欧洲那边最繁华的城市，顶多也就只有几万人口。所以在赵家他们眼中，玛雅人文明程度其实和欧洲人差不多。另外，从交谈中，赵家还得知。 这次上船参观的玛雅人头领啊，其实是瓦哈克城的祭司。玛雅人信仰多种神明，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神明在其中，而祭司呢，则是玛雅人和神明沟通的主要媒介。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祭司在部落和城邦中的影响力极大。慢慢，他们就取代了部落头领的位置，将神权与政权集于一身。瓦哈克城就是这种情况。 另外，除了祭司之外，城邦中还有军事头领和行政官员、商人等，他们都是城邦中的贵族，而农夫、工匠和奴隶则属于城邦中的平民，双方有着巨大的阶级差距。 参观完船只之后，赵家还在船上设下酒宴，热烈的招待了一下瓦哈克城祭司等贵族。结果一顿酒宴下来，对方也是更加高兴。特别是他们在最后拿到赵家赠送给他们的礼物时，这些瓦哈克城的贵族们更是瞪大眼睛。而赵家则趁机提出交易的请求，对方几乎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其实赵家他们船上货物并不多。 之所以提出与瓦哈克城做交易，主要还是想趁着交易能够多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毕竟有些事情光靠耳朵听是不能得到真相的，必须亲自用眼睛去看才行。而想要深入玛雅人中观察，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交易。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赵家他们到达瓦哈克城的第五天，双方就在城外的空地上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交易。 这天并不仅仅有瓦哈克城的玛雅人前来，另外还有周围的几个城邦听到消息之后，也纷纷赶来交易。结果最后赶来的玛雅人绝对超过了十万，连瓦哈克的祭司都说这是玛雅十年内最大的一次聚会了。对于玛雅人来说，赵家他们拿出的所有货物都是新奇的。 而且他们可比生活在海岛上的泰诺人要富有多了，能够拿出的交易货物也很多，除食物之外，还有兽皮、陶器、工艺品等等。另外，赵家还发现一个十分不解的现象，那就是玛雅文明的程度虽然很高，但所有的工具都是实质的，而且根本见不到任何一样金属制品。之前在泰诺人那里，他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 当时他以为泰诺人的文明程度低，所以不会金属冶炼很正常。可是来到瓦哈克城，却发现这里玛雅人同样不使用任何金属工具。可是以他们的城邦建造水平以及整体社会文明程度来看，不可能完全没有掌握任何金属冶炼技术。特别是他们还懂得烧制陶器，如此一来就更不可能对冶炼金属一窍不通才是。 其实不单单赵家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了源和杨师亮等人也都发现这个情况。几个人在私下里讨论一下，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还是了源亲自向瓦哈克祭司询问了一下，这才搞明白其中的原因。真是奇怪呀、啊，他们竟认为金属会导致战争，所以全面禁止使用金属制品。 只有神庙里才允许使用一些黄金制品，而且黄金还不允许用来做交易。难怪今天交易的时候，我们连粒儿金沙也没见到。赵家这时坐在甲板上，看着西边的夕阳，开口道：“他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他，美洲这里盛产黄金，所以今天交易时，他本以为对方会拿黄金来交易，可是根本没有见到。没想到竟是这个原因。” 哎呀，咱们老祖宗说的“因一废十”，恐怕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这战争的本质是利益与认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冲突。金属武器虽然让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可是咱们的火药武器岂不是更加残酷啊？ 这时，杨世亮也皱着眉头开口道：“他们在军校中不仅仅学习兵法，另外也学习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帮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将领。”这些玛雅人呢，还是十分聪明的。我与那祭司交流一下，发现他对天文与数学方面都十分的精通，有些地方甚至还远超于我。可惜，他们宗教却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没有金属工具，甚至连车轮都没有投入使用，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大发展呢？这时了，了元也是连连点头。禁止金属制品使用，正是玛雅人借宗教的名义发布的。另外，还有车轮，玛雅人现在都没有车子，可是他们明明会制作圆形的轮子，但却没有人使用车子。到现在，了元都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原因。 哎，玛雅人的事情啊，轮不到咱们操心。等到这次交易结束之后，各位继续向南航行,行，争取早点绕过美洲，到达太平洋。到那个时候，咱们就离家不远了。赵家这时忽然停止了感慨，他们注定只是玛雅人生命中的过客。也许日后大宋会与玛雅人有所接触，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们需要考虑的，则是绕过美洲，回到大宋。 赵家他们与玛雅人交易一直持续了三天才结束，然后赵家他们满载着玛雅人的货物离开了海峡，继续开始向南航行。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一些玛雅人居住的城镇，但却没有一个像瓦哈克城那样强大的城邦。其中有些城邦看起来规模并不比瓦哈克城小，但城中的人口却很少。据城中的玛雅人说，他们的祖先。 曾经遭受过一场瘟疫，导致人口不断锐减，很多城邦甚至因此而消失。这个消息也让赵家他们很震惊，因为他们想象不到是什么样的瘟疫竟有这么大的威力。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 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哎、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 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 子嗣的问题。不过在接下来的接触中，赵岩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美洲土人都比较友好。其中玛雅人和泰诺人算是比较友好的，但还有其他民族的美洲土人十分残暴，为此还死了几个人，更有几个人受伤。这也让赵家大为愤怒。当天晚上，带着人就灭了对方全族。毕竟他们宋人可不是好欺负的，杀了他的人，就要承受他们百倍的怒火。 也正是吃了一次亏后，赵家他们终于开始恢复了原来的警惕。每次上岸时都要派人反复探查，与土人接触时也保持十分的警惕。但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与一些土人发生了不少次冲突。有些是因为对方不友好，有些则是因为双方习俗不同而引发误会。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毕竟美洲土人整体文明程度偏低，性格也比较野蛮。 哪怕是被赵家他们认为比较友好的玛雅人，他们也有血腥残暴的一面。比如，他们曾经亲眼目睹过一场玛雅人之间的战争，结果失败者被作为战俘压到胜利者一方的神庙中，然后这些战俘被砍掉手脚，并且绑在祭台上，直到失血过多而死，可以说是残忍之极。但在玛雅人看来，鲜血可以滋养神灵。 而且也是凡人与神灵沟通的必需品，所以每当祭祀神灵时，都会将人作为祭品。当然，中原的历史上也有人祭的记载，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废止了，而是改用三生之类的祭品代替。虽然无法避免与土人之间发生冲突，但幸好大部分美洲人还是比较友好的，特别是汉人与美洲人同属于黄种人，相貌上有些相似。 估计这也是玛雅人和泰诺人对他们友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赵家他们越是向南，遇到的土人就越野蛮，而且玛雅人也越来越少，因为玛雅人主要生活在美洲一带。再向南就是一些十分野蛮的土人，玛雅人也经常与他们发生战争，而且这些土人对外人十分不友好。赵家他们这些外来者并不受他们欢迎。赵家他们与对方接触几次之后，每次都是以冲突结束。 最后，他们索性懒得再和这些土人接触，干脆一心的埋头赶路，希望可以早点绕过美洲。就这样，一直航行,行了越狱，最后赵家他们终于来到南美洲的最南端。这里有一座巨大的岛屿，而岛屿与大陆之间则有一条很长的海峡。 海峡中的风浪很大，甚至海面上还有浮冰。不过这并不能阻止赵岩他们的脚步，所以他们在附近简单的休整了一下，终于将船队开进这条海峡之中。刚开始时，海峡中的风虽然比较大，但两岸的景色还不错。 海峡两侧都是绿草如茵的草原，但是再往里走，海峡开始变得狭窄起来，并且两侧悬崖上挂满了冰川，不时有巨大的冰凌从悬崖上掉落，这也让赵家他们根本不敢靠近岸边。更加糟糕的是，他们进入海峡后不久，海峡中竟然起了大雾，哪怕是海峡中的大风都不能把大雾吹散。 结果，这给航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甚至有一艘船不小心撞到了礁石，结果船底破了一个大洞，船舱里全是海水，最后连船体也开始倾斜，最后赵家不得不下达了弃船的命令。损失了一条船，另外还有两艘船受了些损伤，最后赵家他们才好不容易通过南美洲最南端的这条海峡。 因为海峡之中多雾，所以他们将这条海峡命名为迷雾海峡。这也是赵家他们第一次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赵家他们已经将迷雾海峡中大概情况给记录下来，为日后的航行打下了基础。离开了迷雾海峡之后，赵岩他们的船并没有立刻向西航行，而是继续沿着南美洲沿海北上。 一直到达赤道的位置才停下来，因为在赤道附近有两条从东向西的洋流，只要他们进入这两条洋流之中，就不用担心迷失航向。洋流会将他们带到南洋一带，到时赵家他们就可以十分轻松的回到大宋。也就在赵家他们到达赤道的同时，大宋朝堂之上却是一片的繁忙。 因为赵旭准备到泰山封禅的事情已经昭告天下。说起来，赵旭虽然年轻，但他自从登基之后，连灭北辽和金国，又将大宋国土拓展千里，国内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说，文治武功都达到一位帝王的极限。因此，大宋国内不少人都称赵旭是有史以来第一明君，所以他去泰山封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封禅可不是一件小事，特别是对于朝堂上的大臣来说，这简直是他们从政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赵旭出京后的安全，以及朝政如何处置等问题，这些都需要事先经过详细的安排。所以这段时间，朝堂上也是繁忙无比，所有人几乎都在围着封禅的事情转。 相比之下，身为封禅主角的赵旭旭比较闲。自从大宋停止扩张之后，平时一般政务由几位相公处理，能够让他亲自处理的政务并没有太多。所以这段时间，他除了熟悉一下封禅时所需要的礼节之外，其他时间显得很是清闲。平时忙完政务之后，他甚至还有时间出宫去找自己三哥赵俊聊聊天、喝喝酒。不过， 赵旭悠闲的日子并没有坚持太久，因为这几天上午的时候，他在垂拱殿中批阅着郑世堂送来的奏折。这些奏折其实都已经被郑世堂几位相公批阅过，上面也写着他们的一些处理意见。赵旭只需要再将他们的意见总结一下，或者再加入自己的一些指示就可以了。今天的奏折同样不多。 所以赵旭很快把奏折批阅的差不多。不过当他看到最后一本奏折上内容的时候，却不由得脸色一沉，因为这份奏折与其他奏折不同，而是正事堂几位相公联名上奏。至于奏折上的内容也十分简单，无非就是劝说赵旭多往后宫走动一下，最好是能够尽快的让后宫妃子们怀上龙子，这样大宋的社稷有后，江山也能更加稳固。 这份奏折，赵迅没看完就扔到一边。本来不错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糟糕，因为几位相公这份奏折刚好揭开他心中最不愿意提到的事，那就是他的子嗣问题。说起来也真是奇怪，好不容易有两个妃子怀了孕，最后却只剩下两个小公主，至于皇子却根本就没影 本来赵旭认为自己还年轻，所以没有儿子这件事并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他不相信自己会一直生女儿。可是他不急，朝堂上大臣们却很急，因为只要赵旭一天没有儿子，那么大宋就一天没有皇位继承人。说句不好听的，万一赵旭有个什么意外的话，那将会对大宋的江山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为此颠覆大宋的江山。 可以说，赵旭此次并不是他私人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大宋江山社稷的国家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朝堂上大臣也有足够的底气在这件事上说话。特别是这几年，几乎每个月都会给赵旭送来一份奏折，内容也是大同小异。 直接一点的，就是说让他看在大宋江山社稷的份上，以国事为重，让后宫的嫔妃早点生下龙子；委婉一点的则，则是让他在民间挑选秀女入宫，早点让皇家血脉开枝散叶等等。其实也不能怪大臣们着急，因为之前已经有宋仁宗这个榜样，所以他们。 生怕赵旭像仁宗皇帝那样一生都没有儿子，到时大宋在因为立储的问题上发生内乱的话，说不定会将现在大好的局面完全断送掉。可是大臣们虽然着急，但他们却没有站在赵旭的角度上想一想，而且只是一味的劝说赵旭让后宫早点怀上龙子。赵旭本来不着急。 但被大臣劝说的次数多了，最后也急了。但是生孩子这事儿也不是他能控制的，结果越着急越生不出来，甚至外界都已经开始怀疑他身体是不是有问题。这也让赵旭更加恼火，但却无处发泄，只能自己生闷气。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所以今天赵旭看到几位相公联名上书这份奏折时，才会那么生气。 本来以前呢，只是某位大臣偶尔上书，后来改为某位相公上书，结果现在倒好，竟发展到几位相公联名上书。一般这种事情，只有发生战争时才会出现几位相公联名上书的事。而赵旭心里也十分明白，这是大臣在给自己增加压力，督促他快点生儿子。一帮老糊涂，生孩子的事情，是朕可以控制的吗？ 当下，只见赵旭狠狠的把奏折拍在桌子上，怒声道：“其实他倒真想快点让宫里嫔妃怀孕，这样他的耳朵也就能清净。可也怪了，他身体明明十分健康，那方面的能力也不错，可是后宫嫔妃们就是不怀孕，这也让他十分无奈。”五弟，你和谁生气呢？ 正在赵旭生气之时，忽然只见外面传来一个清朗的笑声。接着只见赵俊微笑着走进殿中。看到三哥赵俊进来，赵旭也不好意思再发脾气，当下有些无奈的坐下，然后把手中的奏折递给赵俊道：“三哥，你看吧，朝堂上那帮人天天逼着我生儿子，你说他们是不是瞎操心？” 只见赵俊这时伸手拿起奏折看了看，最后却是微微一笑，道：“五弟呀，大臣们督促这件事儿，也是关心咱们大宋的江山社稷。你也没必要太生气。当然，生孩子这事儿呢，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一切顺其自然。若是你不想再听大臣们唠叨，那就不如去找四叔问一问，弄个生儿子偏方吃上几服，说不定很快就有皇子诞生了。” 找四叔。赵旭听到赵军这个建议，不禁有些心动。虽然他坚信自己身体没问题，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能生出儿子，这让他也不禁有些担心。不过他又不想去找御医，因为宫里根本没什么秘密可言。若是他今天去找了御医，估计明天整个京城都会流传着他那方面不行的谣言。不过，若是去找四叔赵军，就不一样了。 首先，赵军医术高明，是曹毅与直鲁谷两位神医的亲传弟子，宫里的御医和他比也比不过。另外，赵军是自己的亲四叔，自己去找他检查一下身体，就不必担心会走漏消息。看到赵旭脸上异动的表情，赵军也猜到他心中的想法，当下再次开口道：“我看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找机会呢去拜访一下四叔。” 估计也没什么大事毕竟你都已经有两个女儿了，生儿子迟早的事情。这倒也是啊，不过我现在可不敢去四叔那里，听说他正准备编一本什么医书，所以这段时间是闭门不见客。不过等到我去泰山封禅的时候，四叔他肯定要随同我们一起去，到时呢再让他帮忙也不迟。 赵旭笑呵呵的道：“这次封禅不但朝堂上主要大臣们都要去，另外一些重要的皇族也同样要去。哎，这倒也是。不过要说起泰山封禅这件事啊，我倒也很感兴趣。所以这次呢，我也想随你一同去。”赵俊说到这，就忽然提出一个要求。本来以他的身份，自然可以参加这次封禅，只是他身体一向不怎么好。 平时都待在京城里养病，从来没有外出过，所以赵旭之前制定名单的时候没有把赵俊的名字记上。三哥，你也想去啊？可是你的身体……赵旭听到这个要求，有些迟疑的道：“赵俊虽然看起来有些瘦弱。” 但其实他身体一直很不好，三两天就会生场病，甚至前几年还生过几次大病。当时还是曹毅亲自出手才把他救了回来，否则赵俊恐怕早就英年早逝了。哎呀，放心吧，这几年呢，我听从曹神医的叮嘱，在服药的同时呢，也做一些简单的锻炼，身体早就好得多了。虽然平时偶尔还会生病，但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这些年我一直待在京城，其实和五弟你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外出走走。赵迅这时微笑着开口道：“这个，好吧，既然三哥你想去，那我让人把你名字加上去。”赵旭听到这里，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他也是考虑到赵俊身体虽然不好，但从东京城到泰山这一段路上都乘坐火车，而且随行的又有自己四叔那样的大神医，所以只要让人小心的照顾一下，想必三哥的身体不会有问题。接下来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封禅仪式终于进行到最后阶段，所有前期准备都已经完成，而且之前选好的封禅日期也快到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赵旭终于可以如愿的做好准备，离京。了。东京城北方火车站，平时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今天却一下子安静下来，因为车站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今天上午，所有火车都不会进站，同样也不会有其他火车开走，因为今天上午是皇帝陛下要乘坐火车去泰山的日子。 所以，整个火车站从昨天下午就已经戒严了，任何无关人等都不得靠近。赵旭乘坐着龙辇来到火车站，随行的除了五千护卫之外，还有此次要随他一起去泰山封禅的王公贵族和朝中大臣。本来按照赵旭的打算。 这次随他一起封禅的贵族大臣不用太多，可是真的到了挑选人选的时候却乱了套，因为所有人都抢着要去。毕竟这次封禅可比不上之前宋真宗那次封禅闹剧，而是真正可以与秦皇汉武相比的封禅大典。这，可是要在史书上大写特写的。 所以这些人都想借着这个机会沾点光，再不济也能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史书上。大臣们对于封禅的热情，赵旭事先还真没想到。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后来他考虑一下，干脆拍板决定：京城这边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员，其他愿意去泰山的臣子都可以随他一起去。 毕竟他这个做皇帝的都出京出去散心了，也不能让臣子们太过辛苦。带上他们，就当是集体外出游玩当然，赵旭一下子带走这么多人，朝中政务肯定会受影响。不过问题不大，大不了每天让人把政务送到他和手下大臣的手中就是了。反正他们坐在火车上也没什么事可以边处理政务边赶路。不过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 所以赵旭他们这次离京，足足准备了二十辆火车，毕竟人实在太多了。光是赵旭安全保卫就有足足五千，再加上那些王公大臣，二十辆火车勉强塞下。至于封禅所需的物品，早在几个月前已经送到泰山，否则还得加火车。 赵旭和几位相公坐在同一辆火车上，只是赵旭自己坐在一个车厢，几位相公在相邻的车厢。这样有什么事情，几位相公也方便向赵旭请示。除了他们这两节车厢外，其他车厢乘坐的则是宫女内侍，不过最多的还是护卫。毕竟赵旭的安全一直都是出行的首要任务。而当火车开动的时候，赵旭整个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从出生到现在。 他终于可以离开京城，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火车平稳的车厢里，赵旭背着双手站在窗前，眼中满是好奇的打量着窗外的景色。对于从小就没离开过京城的他来说，窗外的所有事物都十分新鲜。虽然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一些农田或村庄，但是赵旭却看得津津有味，简直像个小孩子似的。其实赵旭有这样的表现并不奇怪。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出过京城，他对外界抱有无数的好奇和幻想，现在正是他亲眼看一看外面世界的机会，而且也可能是他这一生中唯一一次外出的机会，所以他要趁着这次机会多出去走走看看，将外面的世界完全印在自己的脑子里。其实从这方面来看，赵旭也真的挺可怜的。第二个原因则更简单。 他毕竟是大宋的皇帝，整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可是平时他只能看到京城百姓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能代表着大宋所有的臣民。当然，他也可以通过大臣或机关情报了解外面的情况，但是这些都需要借助别人的眼睛，他只能听别人的转述，而这些转述还未必准确。所以他做梦都想亲眼看一看自己治下的大宋是个什么样子。 也正是因为上面的这些原因，所以自从离开京城之后，赵旭的眼睛就一直盯着窗外。说起来，自从出现火车与铁路之后，铁路沿线慢慢的热闹起来。因为初期火车速度很慢，很多人可以跟着火车跑动，向车里的人兜售商品，但这样做十分危险。所以后来朝廷下令，除了车站外，任何人不可靠近近前的火车五十步之内。 否则被抓到，立刻就是十大板。虽然这禁令不是人人都遵守，但至少大部分人都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追着火车兜售货物了。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 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欣赏风禅大典。不过火车进行时，虽然没有人敢上前，但是到了车站就不一样了。 从东京到泰山有相当长的距离，而火车上的煤和水消耗很快，所以到了车站就要停下加水加煤。赵旭又不可能每到一站都清场，这样太过扰民。结果这时就会有不少的商贩围着火车的窗子兜售货物，哪怕是赵旭他们的火车也不例外。 毕竟这些小商贩也不知道这火车上坐着的是他们的皇帝陛下。当然了，这些小商贩肯定无法靠近赵旭所在的火车。毕竟，每当火车停下的时候，车上的护卫都会把人群和火车隔开。不过，赵旭却感觉很有意思，甚至在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商品时，还会指使内侍前去买一些回来。就算自己用不着，日后回京可以用来送人。 东京城到泰山并不算远，后世坐火车的话，恐怕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但是大宋的火车速度远远无法和后世相比，所以这段路程上足足要跑上一天。虽然与后世比很慢，但对于宋人来说却已经很快了。要知道，以前没有火车的时候，就算骑马也要跑上几天，毕竟再好的马不可能不吃不喝的一直跑下去。但火车却可以。 赵旭他们上午出发，直到晚上才到达泰山脚下的滚州西庆府，也就是后世的泰安市。不过，泰安这个名字是金国占据这里之后才出现的。现在金国早就已经被灭，因此泰安这个名字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了。火车在西庆府的车站缓缓的停下，当地官员早就接到消息。 这是全都在车站等候，另外还有之前派往这里准备封禅大典的文武官员，同样是焦急的等待，直到赵旭的火车缓缓进站，这些人才终于松了口气，然后上前准备迎接。当赵旭他们火车缓缓停稳之后，车门立刻打开，随后是一队又一队的护卫冲出来，将整个车站的防务完全接管。 并且验明在场所有人的身份，等到确认没有任何危险之后，船上的王公贵族与大臣们这才开始下车，直到最后这才见到赵旭走下火车。只见赵旭这时笑呵呵的走下火车，然后与迎接的官员见面。当他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年轻武将，立刻眼睛一亮，想和对方打招呼。 但却只见对方微笑着向他摆了摆手，这让赵旭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这才没有上前，而是笑着对他点点头。人群中的年轻武将，自然是赵旭的亲大哥赵毅，他是第一批被派往泰山处理封禅事务的官员之一，而且赵毅的任务还十分重要，那就是排查泰山周围可能出现的隐患，以免在赵旭封禅时出现不必要的危险。 不过赵毅为人却十分低调，甚至在军中还改了姓名，为的就是不让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所以这时见到赵旭的时候，没让他拆穿自己的身份。齐庆府中有一座行宫，不过这座行宫并不是赵旭让人建造的。事实上，这座行宫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当初宋真宗来泰山封禅，于是让人建造了这座行宫。 只是使用了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几十年下来，已经十分破败。不过赵旭知道这件事后，却十分高兴。只是让人将行宫彻底的修葺整理了一下，作为自己来泰山后的住所，并没有让人重新建造，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开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毅来到齐庆府后，很快被当地官员迎接到行宫之中。这已经被彻底修葺了一下。 虽然还是显得有些老旧，但住人肯定没什么问题。而且在行宫的大殿中已经准备好接风的酒宴，宴会上使用的正是这里十分出名的豆腐宴，完全是素食，没有任何荤腥。这也是帝王前来封禅时的礼仪用膳，因为整个封禅大典时期，赵旭都要需要食素静心，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天地的尊敬。豆腐宴虽然是素食。 但是当地厨师呢，却可以将一块小小的豆腐做出无穷的花样，每一道菜都十分有特色。哪怕是赵旭这样吃尽了山珍海味的帝王，也同样感觉豆腐宴十分鲜美。等到宴会结束之后，赵旭这才有机会单独召见赵毅。而当赵毅进宫见到赵旭的时候，立刻躬身施礼道：“臣赵毅拜见陛下，大哥。” 这又不是在朝堂上，私下里咱们还是以兄弟相称就是了。赵旭看到赵毅，十分高兴的道：“说起来，他与赵毅是多年未见。上次赵毅来泰山的时候，也是赵毅在西域接到命令，直接赶到泰山，期间并没有与赵旭见面。君臣之礼不可废，臣不敢僭越。”赵毅这时却是一板一眼的道。 看到这，赵旭不由得苦笑一声：“大哥，你还是老样子。算了，我也不劝你。不过一会儿，三哥也要来，咱们兄弟坐一起，好好喝上几杯。”赵旭了解自己这位大哥的性子，从小赵毅就比别的孩子懂礼貌，长大之后更是如此，接人待物礼节十分周到。虽然是好事，但同时也是坏事，因为这样子赵毅实在让人亲近不起来。这一点就不如赵俊。 平时赵俊见到赵旭的时候，只要没人，都是以兄弟相称。正在说话的时候，赵俊这时从外面走了进来。当看到赵毅时，立刻笑着上前行礼。这次赵毅倒表现的热情一些，估计因为赵俊不是皇帝，他们之间没有地位上的差距，这让旁边的赵旭看到眼中不由得暗叹一声。 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他身边绝大部分的人都因为身份上的差距，与他有意无意的保持了距离，这也是他平时感到孤独的主要原因。赵军是少数不在乎赵旭身份的人之一，而且他这个人心思细腻，看到赵旭的样子也能猜到他的想法，所以在赵毅谈话同时，也不忘把赵旭拉进来。 这让兄弟三人之间的气氛慢慢的热烈起来，特别是赵旭主动谈起小时候的一些趣事时，更是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三人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这几天，赵旭趁着封禅大典还没有开始，特地在泰山脚下转了转，比如有名的岱庙，也就是俗称的东岳庙。 这座庙始建于汉代，到唐朝时已经形成一片规模庞大的建筑群，而在大宋建国之后，赵旭的老祖宗赵匡胤还派人重修了东岳庙。后来那位到泰山封禅的宋真宗也在东岳庙中修建了一座天矿殿，而且还封泰山神为人圣天齐王。 特别是宋真宗在封禅之后，又让人在东岳庙中刻上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名的碑文，其实就是记录他在泰山封禅的事，以便让后人铭记。不过，因为他封禅只是场闹剧，所以这块碑只能让宋真宗成为后世的笑柄。算起来，宋真宗是赵旭的太祖父。 对于自己这位不靠谱的太祖父，赵谢感到十分无奈。而且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也无法改变历史。更加倒霉的是，他在面对宋真宗在岱庙留下封禅碑文的时候，还要亲自去祭拜一番，表示自己这个玄孙对太祖父的尊敬。可是天知道，他在祭拜时是不是在心里骂自己这位太祖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封禅大典终于如期举行。 整个封禅仪式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封礼祭天，二来禅礼祭地，两者合起来才叫封禅。只是对于封禅这两者的顺序，却有些分歧。因为当初始皇封禅时是先祭天后祭地，而汉武帝封禅时是先祭地后祭天，两者刚好反过来。 赵旭受到赵岩的影响，对秦始皇有一个十分清信的认识，而且也对始皇帝武功十分敬佩，所以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愿意，也希望可以按照秦始皇的那套礼仪。不过，考虑到秦皇在历史上糟糕的名声，特别是儒家对他的痛恨，虽然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儒家学说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所以赵旭考虑到上面这些之后，最后还是选择按照汉武帝的那套礼仪。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封禅大典开始之后，赵旭先是来到泰山旁边的梁父山，这座小山高不过百丈，正是当初秦皇汉武祭地的地点。山上已经布置好五色土祭台，并且当场宰杀白牦牛、白鹿、猪等祭品，周围有庞大的乐队奏乐。 赵旭就在盛大的音乐中进行了祭地。等到祭地结束之后，赵旭这才带着大臣们来到泰山脚下。这时，山脚下同样布置了一座祭台。赵旭先是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祭天，然后又率领着少数重要贵族大臣一起徒步登上泰山，在泰山之巅举行了第二次祭天。等到这次祭天结束的时候，西边的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泰山的山势虽不像华山那么险峻，但也不适合连夜下山，所以赵旭他们当天晚上就要在山上休息一晚。这也是赵旭特意安排的，因为这样一来，他既可以欣赏一下泰山的晚霞夕照，也可以在第二天早晨欣赏一下泰山的云海和日出，这可是泰山最有名的几大景观，绝不可错过。夕阳西下。 赵旭站在泰山之巅，俯瞰着夕阳。只见天空的朵朵彩云被夕阳染出一道道金边就像是一座座堆积在一起的山峦一般。偶尔有几道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大地，看起来壮观无比，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好一个晚霞夕照啊！以前只从书本上看到一些描述，可是今天我才发现，原来书本上的千言万语。 也难及眼前美景万一呀、啊。赵旭双眼迷醉的看着远处的夕阳，自语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相比之下，我还是对明天早晨的日出和云海更加期待。 正在这时，站在赵旭旁边的赵毅却是开口道：“只是在说话之时，他的眼睛半眯着，脸上表情也十分模糊，让人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大哥是军人，自是喜欢朝气蓬勃早晨。不过，我倒是觉得美景虽然动人，但也要看和谁一起欣赏。比如咱们兄弟三个难得聚在一起，而且还一同欣赏美景。许多年之后。” 当我们在回忆起今天的事情时，肯定也是一双美谈。赵俊这时却开口笑道，而且在说到最后，还笑吟吟地看了赵毅一眼，眼睛里却带着几分常人难以领会的意味。 蔚蓝色的大海之上，一支船队正沿着洋流自东向西航行。只见其中一艘船的船头忽然“嗖”的一声响，一支利箭如同闪电一般从船头射入海水之中。海下面的一条大鲨鱼立刻翻着肚子飘了上来，长长的利箭刚好从头部射入大半，外面只剩下一个尾羽，自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哈哈哈哈！拉起来。 今天就拿这条鲨鱼来下酒。船头上的赵家手举着弓箭，大笑道：“他射出去的箭后面是有绳子绑着的，可以把鱼拉上船。这也是他们在船上自己发明的娱乐活动，名字就叫做射鱼。既可以玩，又可以从海中捕获食物，算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活动。”佳哥，你今天是状态不错呀，竟然每次都比我先射到鱼。 旁边的杨师亮这是不由得惊讶道：“他从小就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剑法，后来进到军校更是刻苦练习。每次军校剑法比赛，他从来没有出过前三。反观赵家剑法虽然也不错，但比自己还有些差距。可是这几天对方却跟吃了春药一般，每次比赛射鱼都比他先一步取得战果。什么叫状态不错呢？这叫实力好不好啊？”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我感觉自己的剑法进步飞快，超过你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赵家这时是一脸得意的道：“以前比剑法的时候，他可没少被杨世亮虐，现在总算扬眉吐气了一次。”切，你的实力我还不清楚啊！你等着，啊，今天我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明天拿出百分百的实力和你比，到时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还能比我先射上来鱼？杨世亮听到这，立刻出口反驳道：“他可不认为赵家的剑法会在短时间内就超过自己。比就比，不过明天若是你再输了，就得承认我的剑法比你强。”赵家听到这，立刻提出自己的条件道：“没问题，不过你在剑法上永远没机会超过我的。”杨世亮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点头答道。 我说好了，你们俩就别斗嘴了。来来来，快点帮我把鱼处理一下，等下好下酒。正在这时，听旁边刚刚把鱼拉上来的了缘大声开口道：“几个月不见，了缘的身体再次恢复原来那种弥勒佛的体型，只是整个人黑了许多，看起来简直像个非洲和尚。”赵家射到这条鲨鱼，体型巨大。 从头到尾将近有两丈，如果不是赵家一箭从他头部射入的话，恐怕一时间根本不会死。不过这条鲨鱼呢，还不是赵家他们见到过最大的鲨鱼。之前在大西洋时，他甚至见过一些体长超过三丈的巨大鲨鱼。相比之下，眼前这条鲨鱼呢，算是一条中等体型鲨鱼。不过就算如此，之前了元把他拉上船，还是集合了七八个人的力量才拉上来的。 这么大的一条鲨鱼，几乎够赵家他们一船的人吃了。了元让人把鲨鱼吊起来，然后抛开肚子取出内脏，除了鲨鱼的肝留下，剩下的全都扔到海里喂鱼。鲨鱼的肝呢，其实是有毒的，一个人若是大量食用的话，很可能会中毒而死。这主要是因为啊，鲨鱼肝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大量食用的话。 会引起维生素 A 中毒，从而导致恶心、呕吐、头痛、两眼红肿、脱皮、全身肌肉关节疼痛，甚至高烧等症状，甚至是死亡。不过，维生素 A 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而且这东西除了植物外，就只有动物肝脏中才能大量生成。海上缺少绿色植物，因此想要补充维生素 A 的话，就只能通过动物的肝脏。这也是了缘留下鲨鱼肝的原因。 这东西只要每天吃上一两片不过量就不会引起中毒，反而还可以治病。宋人没有吃鱼翅的习惯，事实上，鱼翅是到了明朝时才开始兴起的。不过，宋人对鲨鱼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喜欢吃鲨鱼的鱼唇和鱼皮。只见了元将鱼唇切下来，并且连同鱼皮一起扒下来。不过，这东西并不能直接吃，因为无论是鱼唇还是鱼皮，都要经过晒干后才能好吃。 这一点和于是一样。赵家和杨世亮等人一同上前帮忙，很快把这条巨大的鲨鱼处理干净。然后了缘取下一些部位的肉自己做菜，剩下的则送到船上的厨房做成午饭。船上虽然储藏有大量食物，但是对于船队而言，每天主要食物还是来自大海。鲨鱼肉的味道其实并不怎么好。 肉质既粗又腥，但是了缘厨艺却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不一会儿的功夫，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式就送到船头的甲板上。最后，当了缘拎出两壶酒，三个人就在船头盘膝而坐，一边喝酒一边随意的聊着天反正今天风和日丽，船队也没什么事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世子啊，贫僧这段时间算计了一下咱们的位置。 发现咱们船队距离大宋应该不会太远，而且咱们离开美洲后也航行了这么长时间，也应该快回到大宋了吧？这时，只见了元吃了几口菜，然后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道：“喝酒吃肉，他可没有半点高僧的姿态。”的确，快到大宋了。按照我的估计，咱们再向前，应该可以到达吕宋附近的海域。 到时咱们就可以在吕宋那里海港休整一下，然后一口气回到大宋。赵家这时也点了点头。之前绕过美洲大陆之后，他们寻找到赤道附近的那股洋流，然后顺着洋流一直向西航行了将近三个月，而且这三个月他们几乎没找到什么可以停靠的海岛。这也多亏了船上物资储备足够，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撑到现在。 该死的！这一次的航行终于要结束了。现在我最想念的就是东京城北角那家陈家面馆的炸酱面呢、啊，劲道的面条配上喷香的肉酱，一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杨世亮这时狠狠的吃了几口鱼肉，大声道：“在海上天天吃鱼肉，哪怕做的再好，也要吃吐了。”哈哈，听石亮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有些馋了。到时咱们和了缘大师一起去。 赵家听到这，也是开口笑道：“算起来，他离开京城时间最久，现在同样十分怀念京城的人和事。特别是赵旭，年纪轻轻就挑起大宋的重担，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啊。”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 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 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 赵旭的口谕，哈,哈哈哈！吕宋，我们来了！赵家站在船头，高声大笑道：“几天前，他们终于到达了吕宋海域，甚至还遇到了几艘大宋商人的船只。当这些商船得知赵家他们竟然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时，也全都是十分的敬佩，并且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比如派出工匠帮赵家他们修补一下船只，并且还送给他们不少的食物、药品等。这些在海上都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因此赵家他们都十分感动。最后也赠送给对方一些自己从欧洲或美洲带回来的纪念品。就这样，又经过几天的航行，赵家他们终于到达了吕宋大岛。这里是大宋第一个占据的南洋大岛。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整个吕宋岛已经完全纳入大宋的统治之中，岛上的宋人数量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四成，剩下六成的土人也几乎认同了大宋的统治，所以这里算是大宋在海外统治中最为牢固的一块土地。香蕉港，一定要去香蕉港好好的放松一下。 看着从地平线下面缓缓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吕宋岛，旁边的杨世亮狠狠的一挥拳头道：“以前他曾经不止一次来过吕宋，知道岛上最繁华的港口正是当年宋军第一次登陆时建立的香蕉港，那里也是岛上宋人最大的聚居地，各种娱乐场所应有尽有。他们这些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航行，这时正是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 相比赵家与杨世亮的激动，旁边的了源却显得十分平静。只见他手中拿着纸笔，趴在船舷上，认真的写道：“今天我们终于到达吕宋岛了，再向前就是大宋的本土。当年世子就是从大宋的广州港出发，到达欧洲，然后从欧洲开始了这次环球旅行。期间，我们遭受了不少的损失，也有不少人永远的倒在了路上。” 可是今天我们终于成功了。地球是个球形，已经不仅仅是推测，而是被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件事情将会被永久的载入历史的史册。 船上的其他船员也都是一片欢腾。随后，整个船队开始加速向吕宋岛驶去。不过，吕宋大岛的面积实在太大，赵家他们来到的只是吕宋大岛的东北角，而香蕉港却在吕宋的南侧腹部。因此，赵家他们需要绕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香蕉港。不过，船队的船员实在是太疲倦了，所以最后赵家和杨世亮等人商议了一下，最终决定。 先在吕宋找个小港口停靠，补充一下食水，再往香蕉港航行。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最后赵家他们的船队来到吕宋东部一座名叫港月湾的小港口。这个港口位于一座延伸出来的半岛上，半岛的形状很像是半个月牙，所以才被称为弯月港。 这个港口的规模不大，赵家他们的船队进到港口后，竟把整个港口给挤满了。事实上，这个港口并不是商业港，而是一座渔场，附近就是吕宋有名的大渔场，每年都有几次渔汛。港口的大渔船把鱼捕捞上来，卖给岸上的罐头厂，做成鱼肉罐头销往大宋各地。也正是靠着这个支柱产业。 使得弯月港附近形成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小县城，名字也叫弯月县。赵家他们这么庞大的船队停靠在港口，自然惊动了当地的官员。事实上，当地县令听到消息后，立刻跑到港口。毕竟，自从弯月县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船队在港口停靠，甚至他还担心对方是海盗什么的。 因此已经通知附近的驻军。不过等赵家他们下了船，并向对方表明身份之后，只见这个年轻的县令也是震惊的合不拢嘴。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小地方竟然来了这么一群大佛。别的不说，光是了缘这位受到朝廷册封的佛印禅师，就足以让吕宋知州亲自相迎了。更别说船上还有一位越王世子，这可是大宋最顶级的皇族。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万月县的县令对赵家一行人表现的十分热情。特别是当他得知对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环球航行的时候，更加对赵家他们肃然起敬。他也是勾拳毕业的学生，自始知道环球航行所冒的风险，特别是又想到赵家的身份，更让他感到敬佩无比。在万月县令的招待下。 赵家他们在港口中休整了两天，然后这才再次启航，准备赶往香蕉港。不过，就在他们的船队离开弯月港前往香蕉港的途中，却忽然遇到几艘从香蕉港方向赶来的船只，并且在海上截住了他们。放下小船，上前询问一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 赵家对挡在前方的这几艘船也感到十分好奇，当下派人上前问道：“按说吕宋这里已经成为大宋的内海，不可能有海盗出现才是。而且就算是海盗，对方也不可能狂妄到用几艘中型的船拦截他们这几艘大船吧？”上前问话的人很快就回来了，结果却带来一个让赵家十分惊讶的消息：拦住他的人。 竟是吕宋的知州。要知道，吕宋虽然面积广大，但整个岛只设了一个州，最高行政官员就是知州。而且，按照大宋的律法，一般在任上的官员没有朝廷特批是不能离开自己任职地方的。其实，不单是赵家惊讶，了源与杨世亮都同样想不明白。三个人为此还商量片刻，却还是不得要领。 于是就让人请吕宋知州过来，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见一个中年官员乘着小船来到赵家的船下，然后顺着梯子上了甲板。下官吕宋知州范文拜见世子殿下。只见这个中年官员上了船之后，整理一下官服，立刻向赵家行礼道：“范知州不必多礼，不知知州你为何来到这里啊？又为何拦住我们的去路？” 赵家当下还了一礼，看对方一副稳重的样子，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拦住他们。听到赵家的问话，只见这位范知州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开口回答道：“世子殿下，下官奉陛下的口谕，请您即刻赶到登州面见陛下。”几艘蒸汽船吞吐着黑雾，以极快的速度在海面上奔驰。 站在船头的赵家却是心急如焚，恨不得自己脚下这艘船能够飞起来，这样也能早日到达登州见到赵旭。那天在吕宋见到那位范知州，对方向他传达了赵旭的口谕，可是口谕只让他火速去登州见赵旭，并没有说是因为什么事情。另外，范知州还告诉他，因为谁也不知道赵家环球航行会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会首先到达哪里。 所以赵旭将这道口谕传达给大宋沿海以及南阳一带所有知州以上的官员。只要这些人见到赵家，就传达口谕，让他早日回登州。至于范知州，则是接到弯月知县传去的消息，才知道他竟然到达吕宋，这才急急忙忙的跑回来传达口谕，免得他耽误了时间。 虽然赵旭口谕中并没有说让赵家去登州的原因，但是从赵旭的语气中，赵家就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急切，这也让赵家更加担心，所以立刻放弃环球船队，乘上速度更快的蒸汽船，飞速向登州赶去。贾哥，不要太担心了，陛下可是天下之主，以他的身份，能够出什么大问题、啊？ 正在这时，只见杨世亮从船舱里走到甲板上，对正在担心的赵家劝道：“正因为他是天下之主，我才更加担心。因为若只是一般小事的话，旭帝肯定不会动这么大干戈，让我火速去见他。所以我担心朝廷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赵家听到杨世亮的话，却还是十分担心的道：“这不可能吧？” 若是陛下那边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儿，那整个大宋恐怕都会震动起来。可是我们之前也路过几个港口，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所以我觉得，陛下那里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这时赵家听到这，却是摇了摇头道：“世良，朝堂上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 有时候正是因为事情太大，所以外面才会显得十分平静，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可是对于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来说，恐怕赵家说到上面这些时，脑子里不由自主的想到当初自己大伯赵虚病重的时候，外界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赵虚已经只剩下有限的生命，可是只有自己父亲等人知道这件事。结果当时外界一片平静。 可是自己父亲却整天忙得回不了家，最后好不容易才完成了那场权力的交接。混蛋，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赵家这时忽然失手打了自己一巴掌，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然想到大伯去世的事情，这让他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可是赵旭才二十多岁，正处于一个男人的巅峰，平时身体又很健康。 除了一直没生儿子，让外界有些猜疑外，其他根本没有任何毛病。所以赵家绝不相信自己堂弟身体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李氏归李氏。 但那种不祥的预感一直缠绕着赵家，所以最后他命令船只再次加快速度，哪怕是因此损伤船上的机器也在所不惜。与他一同回去的杨世亮劝了几次没有效果，最后索性也不再劝了，只是每天督促赵家准时吃饭睡觉，否则他恐怕没到登州自己就先病倒了。与此同时， 非洲西岸也正有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南航行，希望可以早日绕过好望角。而在这支舰队的旗舰上，赵燕也像自己儿子赵家一样，在焦躁的走来走去。就在一个月前，他忽然接到赵旭亲笔写来的书信，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朝中有变，速归”。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消息，连信使也不知道朝中发生了什么。 这让赵岩也是心急如焚，本想立刻就回大宋，但又担心朝廷那边真的有什么变故，因此在与苏辙等人商议之后，赵岩带了一支万人军队返回大宋。这样，就算朝廷那边有什么变故，也不至于手中无人可用。也正是因为要调军的原因，所以他出发的时候晚了点直到现在还没能绕过好望角。 不过这段时间，赵岩也是吃不好睡不好，脑子里一直在考虑着朝中可能发生的变故。可是他想来想去也不得要领。若是一般的变故，赵旭不会让人跑到万里之遥的欧洲通知自己。所以这次变故绝对关系重大。可是他又想不出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这也是他最为头痛的地方。夫君，想不明白就别想了。 反正咱们回去也不过是月余的时间，到时见到陛下，一切自然揭晓。正在这时，曹颖给赵岩倒了杯茶，轻声劝道：“这段时间赵岩茶饭不思，他与薛宁儿等人也都是十分担心。本来赵岩想让他们在欧洲等消息，但他们却不放心赵岩的身体，同时也担心此行有什么危险。” 所以执意要与赵岩一起，对此赵岩十分无奈，只能把他们都带在身边。唉，雪儿啊，也真是的，既然让人送信，秋为何不把事情原委写明白呢？这样也好让我做准备啊。赵岩这时端起茶品了一口，却又十分无奈的道：“听到赵岩的话，只见曹颖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开口道：‘夫君。’” 陛下不写明白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陛下不想让你知道；第二种则是陛下不能让你知道。你觉得是哪一种？不能，不想。赵岩听到这，先是一愣，然后有些疑惑的抬头看着曹颖，想要听他解释的更清楚一些，因为他有些不明白曹颖是什么意思。不过，只见曹颖这时却是微微一笑，道。 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夫君还是自己想一想吧。不过以我对陛下的了解，他之所以不写明白的原因，很可能是不想让夫君知道其中的原因。不过等到我们回去之后，自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娘子，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赵岩这时却是满头雾水的道：“他已经够烦了，却没想到曹颖还给他打哑谜。” 夫君以后会明白的，曹颖却还是不肯解释。说完，转身就离开。只是当他把赵岩的船舱门关上的时候，却一脸凝重的低声自语道：“希望天佑我夫君，此行万万不要出事才是。”赵家的船经过几天加急航行之后，终于在这天下午到达登州港。 当船只在港口停靠下来之后，赵家立刻跳上码头。码头上早有人迎接他，因此见到赵家后，立刻将他迎上一辆马车，然后飞速的赶往登州城中的一座临时行宫。等到赵家马车来到临时行宫大门前的时候，夕阳已经开始落山了，整个行宫被夕阳染成一片金色，看起来是辉煌无比。 但赵家却感觉有股说不出的凄凉。不过现在他却早已经顾不得这些，迈步就进到行宫中。他必须尽快见到赵旭，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就在赵家刚刚进到行宫之中，却忽然只见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当他看清对方样貌的时候，却是十分惊讶的开口道：“六弟，你怎么也在这里啊？”迎面而来的人正是赵家的亲弟弟赵信。 赵信在兄弟中排名第六，平时对政务不感兴趣，唯独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不过赵家记的父亲说过，赵信去年就去了倭国，负责在那里建造一座港口，另外挑拨倭国内斗，一般不怎么回来。难道赵旭连赵信也叫了回来？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带你去休息一下。赵信看到赵家，却是露出了笑容，开口道。 只是他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六弟，旭弟在哪？我马上要去见他。赵家听到赵信要带自己去休息，当下想都不想就拒绝道：“在路上，他吃不好，睡不好，为的就是早一点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必须第一时间见到赵旭。”这个，只见赵信这时却露出为难的表情，随后勉强一笑。 再次开口道：“大哥，你环球航行情刚回来，肯定累坏了，所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不如我让人准备些酒菜，咱们兄弟好好的喝上几杯，然后呢，你再睡上一觉，明天再见陛下也不迟。”看到自己亲弟弟明显的拖延自己见赵旭，这让赵家更加的怀疑。当下盯着赵信看了半天，结果把赵信看得全身发毛，脸上的笑容也更加勉强。最后，赵家终于再次开口道。 六弟，你老实的告诉我，去你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陛下能有什么事情呢？只不过，别再给我耍花墙，再不说实话，信不信我揍你？没等赵信把话说完，赵家就气得大吼一声：“赵信是他弟弟。” 他哪里还看不出来他在撒谎？而且以自己对赵旭的了解，自己绕地球一圈才来到这里，赵旭肯定会亲自前来迎接。可是从港口到现在，自己就没见到赵旭的人影，这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赵旭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出来迎接。这也让赵家更加的担心。我看到赵家要发怒，赵信吓得也不敢说话了。 说起来，赵家在兄弟之中年纪最大，威望也最高。以前他们受的欺负，都是赵家帮他们找回场子，这也让兄弟们对赵家更加敬重。所以赵信除了父亲赵岩，最怕的就是自己这位大哥。不过，也就在这时，忽然只见一个小内侍飞奔而来，然后伏在赵信耳边轻声的说了几句。结果，这让赵信也露出大喜过望的神色，当下对赵旭道：“大哥，陛下说要亲自见你，你有什么疑问，直接去问吧。” 快带我去！赵家听到这，毫不犹豫的开口道：“他太了解赵信了，自己这个弟弟在皇城司做事，嘴巴一向是最严的，所以他若是打定主意不说，自己别想从他嘴里听到半点有用的消息。所以一切还是见到赵旭后再说。”当下，赵家跟着赵信来到行宫正中的一处房屋，只见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守的十分严密，这让赵家也是眉头一皱。 因为这里的防守太严密了，而当他来到房屋外面，还没有进门，就从空气中闻到一丝中药的味道。这更让他眉头一皱，难道赵旭生病了？想到上面这些，赵家急忙大步进到厅中。这时夕阳已经落下，客厅中虽然点燃了几支蜡烛，但厅中的光线依然有些昏暗。借助昏暗的灯光，赵家可以看到一个人坐在厅中的椅子上。 因为光线问题看不清容貌，前面摆放着一桌酒宴。当看到他进来的时候，只听对方笑着开口道：“大哥，你终于来了。”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 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 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哎、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岩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 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张。 风禅之乱。听到对方熟悉的声音，赵家终于感觉心中一松，因为说话之人正是赵旭。当下，只见他走近几步，刚想说话，可惜当借着昏暗的烛光看到赵旭的时候，赵家立刻惊叫一声道：“旭弟，你，你这是怎么了？”赵家之所以如此震惊，因为见到。 坐在桌子后面的赵旭面容枯槁，哪怕借出昏黄的灯光，也能看出赵旭的脸色十分糟糕，两家更是深深的塌陷下去。若是赵家对赵旭十分熟悉，恐怕根本认不出对面的人是赵旭。看到赵家震惊的样子，满脸病容的赵旭却露出一个淡然的微笑：“大哥不必担心，我只是前段时间生了场大病。” 所以才搞得气色不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无大碍了。真的没事了吗？赵家这时却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因为眼前赵旭的样子实在是不像是病愈，反而更像是一个患了重病之人。不过赵旭在椅子上坐得稳稳的，说话的语气也很正常，这倒是让赵家安心了许多。当然没事了，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 设下酒宴为大哥你来接风。这时，只见赵旭再次一脸笑道，脸上似乎也多了几分血色，眼睛中也闪过几分神采。看到这里，赵家终于松了口气，当下在赵旭对面坐下，然后这才关心的问道：“旭弟，你到底生了什么病啊？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了？御医又怎么说的？” 听到赵家这一连串的问题，只见赵旭再次笑了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前段时间我在泰山封禅，结果不小心染了风寒。当时我觉得自己年轻，以为睡上一觉就好了，可是却因此错过了治疗时间。结果小病养成了大病啊！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仅仅是……” 风寒，赵家听到这，再次怀疑到，他总感觉赵旭没有说实话。当然，<coughs> 赵旭这时想再说什么，却忽然脸色一变，双手捂住胸口，脸上的神情难受之极。紧接着，忽然一张嘴，一口漆黑的鲜血就喷了出来。旭弟，看到赵旭吐血，赵家几乎是第一时间跳了起来。 冲到赵旭身旁扶住了他，直到这时他才忽然发现赵旭宽大的衣服竟然是一副瘦骨嶙峋的模样，摸起来好像全都是骨头，硬邦邦的，竟然有些硌手。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旭弟，你为什么瘦的这么厉害？嗯、赵家这时有些手足无措的惊声问道，他没想到这才两年不见。 原本生龙活虎的赵旭，竟然变成了现在这副风烛残年的模样。要知道，他可是大宋的皇帝呀、啊！看到赵家惊慌的样子，只见吐了口血的赵旭却忽然抓住他的手，苍白虚弱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个无力的微笑：“大哥，本本想在你完成环球航行之后，为你举办一个接风宴。” 可惜，没想到接风宴还没开始，就被我搞成了这副模样。看来，看来老天也不想让我完成这个心愿了。赵旭说话之时，嘴巴里又涌出几股黑血，说话也是断断续续，这让赵家也不禁心痛的直流泪。 当下一把把赵旭抱起来，冲出大厅，高喊道：“御医，御医在哪？快来救陛下！”没等赵家喊几句，就见旁边已经有人冲了过来，为首一人赵家也认识，正是他四叔赵军。当看见对方时，赵家也是眼睛一亮，当下大喊道：“四叔，快快救救陛下！佳儿，快把陛下送到床上，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就是了。” 赵军这时却是面色凝重的道，只见他手中拿着药箱，身后跟着一群御医打扮的人，却是一个个都是苦着脸，这让赵家也不禁心中一沉，似乎在这一瞬间明白了什么。不过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赵家立刻按照赵军的指点，把赵旭送到卧室，然后轻轻的把他放到床上。 只是这时，赵家感受到赵旭轻飘飘的身子，却不禁又是鼻子一酸，差点流出眼泪。要知道，以前赵旭的个子比他还要高一点，身体也十分健壮，可是现在竟然只剩下一把骨头，抱起来简直是轻若无物。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把赵旭折磨成这副模样啊？这时，赵旭已经陷入昏迷之中。 赵军带领着一帮御医，立刻对他展开了抢救。赵家这时根本帮不上忙，但他又不肯离开，结果站在那里只能碍事。最后还是赵军亲自把他轰了出去。当赵家来到外面的时候，刚好看到赵信也在外面焦急的等待。于是他大步上前，一把抓住赵信，眼睛通红的质问道：“到底怎么回事？父亲离开大宋时，还说徐帝这边一切都好。” 而且还准备去泰山封禅，可是为什么这才一年多时间不见，徐迪就变成了这一副模样？这个，赵鑫一脸难色的还想要隐瞒，不过这时赵家却是怒发冲冠的打断他，怒吼道：“别这个那个的，快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看到赵家暴怒的样子，再看看房间里正忙着抢救的赵军等人，赵信这时也禁不住叹了口气，然后终于开口道：“大哥，嗯、本来这件事不应该瞒着你，不过，陛下说他要亲口告诉你，所以才让我们事先不要透露任何口风。可是现在看陛下的样子，恐怕也没办法向你讲述事情的经过了。” 而这件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的泰山封禅讲起。泰山封禅，赵信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但他是皇城寺的人，事后也被赵旭第一时间召到泰山，所以对于事件的经过十分清楚。 这时由他讲出来，也终于让赵家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就在泰山封禅的那一天，因为封禅结束后天色已晚，所以赵旭就准备在泰山顶上住上一晚。第二天欣赏过泰山的美景后，再走也不迟。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些随同赵旭上山祭天的贵族大臣们，也都住在山上。而整个泰山全部布置重兵，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当天晚上，赵旭在泰山顶上设宴与群臣同乐，一切都显得很正常。最后，赵旭因为太高兴，喝得大醉。其中，赵旭的三哥赵俊主动要求送赵旭回去休息。等等，你说，赵俊也去了泰山？赵家听到这，却忽然打断了赵信，问道。 他记得赵俊一向身体不好，为此一直待在京城休养。这一次怎么会跑去泰山呢？不错，本来陛下并没想让赵俊去泰山，可是这个混蛋却骗陛下说什么想要出去散散心，于是让陛下把他带到泰山。可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狼子野心，趁着陛下喝醉之后，为他喝了毒酒，然后。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等到陛下毒发之时，他已经与其他叛贼汇合在一起，准备趁着陛下毒发身亡之时发动一场叛乱，以此来夺得皇位。 赵家听到这，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狠狠地一拍桌子，大吼一声道：“两只眼睛像是燃烧着两股怒火似的，让人不敢直视。”看到大哥愤怒的样子，赵信也不禁暗叹一声：在所有兄弟之中，大哥与赵旭之间感情最为深厚。可是现在赵旭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也不知道大哥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后来呢？ 后来赵俊他们应该没有成功吧？不过出乎赵信意料之外的是，赵家的自制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虽然赵信这时愤怒，全身发抖，但却还是克制住想要杀人的冲动，再次向赵信询问道：“看到大哥没有失去理智，赵信不禁松了口气，当下急忙再次开口道：‘本来赵俊。’” 给陛下喂的毒药分量很重，而且也算准了发作的时间，以为陛下肯定会必死无疑。但是巧合的是，陛下因为酒喝的太多，结果在赵军喂他毒药之后，并且离开，陛下竟发生了呕吐，使喝下去的大部分毒药被吐了出来，所以毒发时并没有要了陛下的命，反而还让陛下清醒过来，向外呼救。 刚好四叔他们也在山顶，于是急忙为陛下解毒，暂时用针灸封住了毒性。可是也就在这时，赵俊等人率领叛军杀到了山上。赵俊的同伙有谁？是不是有军中的将领参与？否则，他不可能调动军队，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杀到山顶。这次赵家再次追问道。 只是他这个问题一出口，赵信脸上的神色再次变得犹豫起来。听到赵家问起赵军的同伙，赵信却又犹豫起来，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过这却让赵家更加生气的怒声道：“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赵军的同伙都有谁？我倒要看看咱们大宋还有多少乱臣贼子。” 看到赵家愤怒的样子，赵信也无奈的叹息一声，最后只得开口道：“大哥，这次叛乱一共有三个主谋，除了赵军之外，另外两个分别是二伯和义哥。”什么？赵家听到赵毅和赵浩竟然也是这次叛乱的主谋之一，整个人一下子呆愣在那里，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其中赵浩也就罢了，他知道自己这位二伯一向对皇位不死心，可是赵毅却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兄弟，与赵家的关系一向很好，而且赵家也知道，赵旭对赵浩这位亲大哥一向十分尊敬，所以他根本没想到赵毅竟然会参与到叛乱之中。看到赵家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赵信不由得再次叹息一声，然后继续开口道。 赵军三人早就勾结在一起，各自聚集了一批支持者，发动这次叛乱。比如赵毅的舅舅尚毅等人，他们本来就是军中的将领，这次更是悄悄的带领军队直到泰山附近，然后在赵军等人的率领下杀上泰山。幸好天有我大宋。 陛下在被四叔暂时压制体内剧毒后，强撑着率领军队出现在叛军面前。结果，这些叛军根本没想到陛下还活着，当下不少人吓得跪地倒戈。山上禁军也趁机平叛，最后这场叛乱的闹剧很容易就平息了。赵军等人也都被抓住了。那，旭帝身体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叛乱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他的身体却变成了这副模样。赵家这时十分痛心的道：“他不仅仅是心疼赵旭现在身体状况，同时也在心痛赵毅等人的背叛。无论是赵俊还是赵毅，都是与他一起长大的兄弟。恐怕当赵旭得知自己两个亲哥哥竟是叛乱主谋的时候，恐怕心中会更加的痛苦。”陛下的毒液十分奇怪。 据赵俊说，他是从一个炼丹师手中得到的，而且为了保密，他得到这种毒药之后，把那个炼丹师给杀了，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毒药的成分。当时陛下虽然吐出一部分毒药，但是剩下的毒药依然可以致命。这段时间，四叔与众雨已想尽办法为陛下解毒，只能尽力的压制毒药的毒性，延缓毒药发作的日期。 说到这里的时候，只见赵鑫顿了一下，接着开口道：“陛下知道自己身体情况之后，担心他日后有个万一的话，大宋肯定会发生什么变故，所以才特意去欧洲通知父亲回来。另外，他还派人去南阳那边，希望可以等你回来。幸亏老天开眼。” 终于让大哥你及时赶回来了。本来刚见面时我就想告诉你这一切的，可是陛下说他曾经答应过你要在你环球航行回来之后亲自为你接风，所以让我们暂时隐瞒叛乱的事情。结果后来的事情，你也就知道了。听到赵信最后的话。 赵家这才忽然想起来，当年自己与赵旭聊到环球航行的时候，他的确说过，等到他成功归来，就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的接风宴。可是没想到赵旭已经如此虚弱了，却还记得当初的承诺，这让赵家既感动又无比的悲痛。就在这时，之间，赵军终于从赵旭的房间中走了出来，于是赵家急忙迎上去问道：“四叔。” 徐帝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清醒过来没有？哎，陛下的毒伤解释起来很复杂，不过现在陛下已经清醒了，而且点名让加尔尼进去。不过你不要和他说太多的话，尽量劝他多休息，否则万一再吐起血来，恐怕就是大罗金仙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抢救的时间不长，但赵军这时却显得有些心力憔悴的轻声道：“看样子，他为赵军的病情耗费了不少的心力。”赵家本想向赵军打听一下赵旭的病情，不过现在听到赵旭请自己进去，当下顾不得其他，于是向赵军告别后，再次进到房间。结果只见赵旭这时半躺在床上，身边有内侍正在给他喂药。当赵军看到赵家进来的时候， 苍白消瘦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道：“大哥，徐弟，你不要多说话。刚才我已经向六弟询问过了，现在你告诉我赵俊和赵毅这两个混蛋关押在哪里就可以了，我去帮你宰了他们出气。”赵家这时咬牙切齿的问道：“看到赵家满脸杀气腾腾的样子。” 赵旭却不由得苦笑一声，道：“大哥，我知道你现在很恨大哥和三哥他们，可是他们可以不顾兄弟之情，但我却不能这么做。而且我若是想杀了他们的话，之前也早就动手了。” 哪里还用等到现在呀、啊？他们都把你害成这副模样了，难道你还想留他们一命？赵家听到这，却是更加的恼火，道：“他与赵毅的关系也算是不错，可是对方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已经越过了他的底线。” 哪怕对方是他的亲兄弟，恐怕也不能容忍他活在世上。不过，相比赵家的愤怒，只见赵旭这时却是再次无力的一笑，然后挥手示意周围的人退下，并且让赵家坐在自己床边，这才终于开口道：“大哥，你也知道我父皇去世的早，而且哪怕是父皇在世。” 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我们，这也使得我们从小就缺少父亲的关爱。后来父皇去世了，三叔代替父亲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也给了我们更大的关怀，可是。 三叔毕竟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而且从血缘上来说，大哥与三哥他们才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以我不想亲手杀死自己最亲近的人呢、啊。否则我死后无颜去见父皇。 说到这，只见赵旭顿了一下，接着又道：“另外，我大宋立国百余年，还从来没有因为皇位之争而造成手足相残的。当年太祖与太宗传位，有不少人猜疑，但毕竟没有实证，所以我不想开这个先例。” 更何况，我大宋连敌国皇帝都能留下他们的性命，更别说我自己的兄弟了。纸张兄弟之情，赵旭不杀赵俊与赵毅等人的理由很充分。 其一是兄弟情深，若是杀了他们，他死后无法将自己的父亲交代；二是大宋从来没有因为皇位而发生手足相残的先例，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当年英明如李世民，正因为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给后世子孙做了不好的榜样，结果后来大唐皇位传承几乎没有不流血的。反观大宋皇位传承却要平和的多，所以赵旭不想破坏这个先例。 情有可原，可是，可是他们犯的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就算旭弟你不给他们治罪，等到父亲回来知道真相，恐怕也不会饶恕赵俊他们几个。赵家这时再次开口道：“其实他可以体会赵旭复杂的心情，但却更无法原谅赵毅与赵俊等人。” 听到赵家提到三叔赵岩、赵旭，不禁苦笑一声道：“我正是担心三叔不会放过大哥他们，所以才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只是说朝中有变，让他赶紧回来。幸好三叔离得远，咱们可以在三叔回来前把事情处理干净。” 到时呢，我再求一求三叔，应该可以让他放过大哥他们。这看到赵旭这个时候还在为赵毅和赵俊他们说话，赵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他以前倒是知道赵旭是个重感情的人，这点深受自己父亲的影响。可是却没想到他竟对兄弟之情重视到这种程度。 看到赵家一脸纠结的表情，赵旭这时却忽然一笑，抓住他手道：“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面了，咱们今天不谈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了。刚好你又刚刚完成了环球航行，这可是证明了咱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圆球上的大事儿啊。” 而且这一路上肯定遇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你快给我讲一讲吧，也好让我开开眼界。看到赵旭故意将话题转移到环球航行上，而赵家也知道赵旭其实对环球航行十分向往。 只是因为他的身份，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参加这次行情，所以这时赵旭在问这件事的时候，苍白的脸上也因激动露出几分血色，眼睛中的期盼让人不忍拒绝。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赵家最后只得叹息一声，然后开口讲道：“一年多以前，我们从欧洲出发。” 顺着一条往西的洋流前进，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航行，终于到达大西洋，来到中美洲一带的加勒比海附近，并且在那里呢，第一次遇到北美洲当地土人。这些土人生活在一片群岛之中，因为他们的主食是一种有毒的木薯，但经过他们的加工，然后磨成粉，这样的木薯条粉呢就可以食用了。而木薯粉在土人的语言中称之为“泰诺”。 所以呢，我们称他们为泰诺人。赵家从遇到泰诺人开始讲起，主要是讲了一些在美洲的见闻，比如他们发现辣椒和玉米的确是原产美洲，另外他们还带来不少美洲特有的作物，比如土豆、花生等。而且为了哄赵旭开心。 赵家还为他讲了一些美洲人有趣的习俗，比如他们舰队的船员虽然与美洲不少女人做过露水夫妻，但若让他们娶这些女人回家的话，打死他们都不愿意，因为美洲人有个习惯，那就是女人在分娩之时要让男人坐在分娩的屋子顶上，并且用绳子绑住男人的子孙根，绳子另一头被女人抓在手里。 这样，女人在分娩痛苦的万分的时候，会拼命的往下拽绳子，这样可以让男人体会一下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听到上面这些有趣的习俗，赵旭不禁大笑起来。可是没笑几声，就再次咳嗽起来，这让赵家也是吓了一跳，急忙帮他拍后背。好一会儿，赵旭这才缓过来。不过接下来，赵家也不敢惹他发笑了。 毕竟，对于赵旭现在身子来说，大喜大悲都是十分伤身体的。赵家陪着赵旭说话，虽然赵旭对环球航行的事情十分感兴趣，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很快就有些精神不济。赵家看到这，赶忙劝他休息。对此，赵旭没有拒绝，于是赵家亲自照顾他平躺下。等到赵家把他被子盖好，赵旭已经睡着。 看着沉睡中的赵旭，依然皱着眉头，似乎身体上的痛苦依然在折磨着他。而赵旭这时脸色白中透着青，看起来就带着一股病态，与两年前那意气风发的年轻皇帝简直判若两人。这也让赵家禁不住心中十分悲痛。早知道如此的话，当初他就不应该离开。 这样，在封禅时有自己在身边，也许就不会有赵俊他们下手的机会了。当下赵家出了赵旭的房间，这是已经快要二更天了，但是赵新等人都没有离开。看到赵家出来，纷纷围上来询问。对此，赵家告诉他们，赵旭已经睡着了，这才让人放心。然后赵家让他们都回去休息，于是这些人才纷纷告辞离开。 不过赵信却没有离开，因为赵家把他拉到一边，然后低声的问道：“六弟，你肯定知道赵毅和赵俊他们被关在哪里？现在立刻带我去见他们。”大哥，你要做什么？赵信听到这，却是一惊道。 说说做什么？他们这帮混蛋把徐迪害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大哥的怎么能轻易的放过他们？赵家这时咬牙切齿的道，眼睛的怒火几乎快要喷涌而出。 大哥，这不行啊！当初赵毅他们被抓之后，不少大臣都要求处死他们，可是陛下却念及兄弟之情，不忍下手，甚至还严令不允许虐待他们。你若是现在杀了他们，恐怕陛下也不会好受啊！赵信听到这，急忙劝道：“放心吧，刚才徐帝已经和我说了，所以我不会杀了赵毅他们。但是死罪可免，活罪就是难逃。” 另外，我还想问一问，到底徐帝有哪里对不起他们，竟让他们下如此狠手？赵霞说到最后，脸上露出既愤怒又痛恨的表情。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赵毅他们为什么要造反？难道皇位诱惑真的就那么大吗？这登州呢，是北方最为繁华的港口。 每天都有无数的船只在这里停靠或离开，码头上的人流是数以万计。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的高丽人、倭国人，这些人生性野蛮，时常闹事，给登州带来不少治安问题。因此，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因为犯下各种罪行被捕，这也导致了登州不得不建造一座规模不小的监狱，关押囚犯。登州监狱位于城北。 通体用城砖水泥建造，十分坚固。而且监狱附近不远还驻扎着一支军队，除了负责监狱的安全外，在战时这支军队还可以进到监狱中，借助监狱坚固的城防结构，以此来分散主城的压力。不过这段时间以来，登州监狱原来驻扎在附近的军队都被调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四支更加精锐的禁军，而且这四支禁军。 从四个方向将登州监狱围得水泄不通。平时在监狱进出的车辆与行人都要受到禁军的盘查，稍有怀疑就会被带走详细调查，直到洗脱身上嫌疑才会被放走。可以说，登州监狱的守卫比平时增加十倍不止，连只鸟儿想从监狱中走出来都十分的困难，更别说里面的囚犯想要逃出来了。现在已经是夜半时分。 监狱里的犯人早在看守的叫骂声中安静下来，不过监狱外面的守卫却丝毫没有放松。监狱外面的围墙上燃烧着巨大的火炬，将监狱四周照得一片通明。高高的角楼上也有士卒拿着望远镜四处观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不过，也就在这时，忽然只听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传来一阵的马蹄声，紧接着，只见两个年轻人在一对护卫的保护下来到监狱。监狱外面的守卫刚想上前拦截，不过当看到这对护卫亮出令牌时，立刻就退了下去，因为对方拿的是陛下亲赐的令牌，手持这种令牌，连陛下的寝宫都可以自由出入，更别说这里了。 穿过了一重又一重的关卡，马车距离监狱也越来越近。不过，马车里的赵信却一脸为难地面对面前的赵家道：“大哥，我看要不就算了吧。你绕过大半个地球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休息，所以不如咱们先回去吃点东西，睡上一觉，等明天养好了精神，再来看赵姨他们也不迟啊。” 对于赵信劝说的话，坐在马车里的赵家却是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车窗外，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可是赵信总感觉自己大哥平静的外表下却蕴藏着一座愤怒的火山。等见到赵毅他们时，不知道会爆发出什么样的怒火。万一大哥在愤怒之下真的把赵毅等人杀了，那明天就没办法向赵旭交代了。可惜赵家对他们劝说却根本没听进去。 最后，赵信的马车终于进到监狱。监狱里的官员听到赵家和赵信的身份，也是吓了一跳，急忙跑出来亲自迎接。不过赵家却没有任何的废话，只是吩咐对方带自己去见赵毅和赵俊等人。旁边的赵信则再次亮出令牌，于是监狱的官员也不敢怠慢，急忙带着他们来到监狱最核心的位置。 这里关押的都是朝廷要犯，其中赵毅等人不但是皇族，而且还犯有谋逆之罪，所以全都被单独关押在这里。可能是因为赵毅等人是重犯的原因，所以关押他们这片区域完全被隔离出来，而且周围还有重兵。哪怕是赵家和赵信两人的身份，想要进去也依然遭到重重的盘查。好不容易进到这一片核心的监狱区之后。 只见这里的牢房数量并不多，一共两排，大概二十多间的样子。但是每个牢房都关押有犯人。当这些人见到赵家和赵信兄弟时，不少人都羞愧的低下了头。同时，赵家他们也从这些人中发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这也让他重重的冷哼一声，同时也懒得理会这些乱臣贼子，大步向关押赵毅与赵俊的牢房走去。 不过，还没等赵家走几步，眼看着就要到关押赵毅两人的牢房时，忽然只见旁边的牢房中有人一下子扑到铁栅栏上，同时向赵家高声大呼道：“家儿，家儿，是你吗？快点救救二伯！”赵家也闻声望去，结果只见说话之人正是一身球衣的赵浩，双手伸出栅栏，满脸期望之色的看着他。 可是赵家看到对方，却是大怒道：“你自己做的好事，竟然有脸来求我？若不是你们谋逆的话，徐帝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佳儿啊，你要相信二伯呀，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呀、啊。叛乱发生之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是被人冤枉的。 赵浩这时却是急声大喊道，甚至连鼻涕眼泪都一起流了下来，看起来还真的可怜。不过就在赵浩话音刚落，赵家旁边的赵信却是冷哼一声道：“哼，我的好二伯呀，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叫冤，那你倒是解释一下，赵毅与赵俊手中那些书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亲笔写给他的？” 我那只是一时的糊涂，并没有真的想造反呐、啊。赵浩这时却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道：“怎么回事？大哥，叛乱发生时，咱们这位二伯的确不知情，但事后从赵毅和赵俊手中搜到不少书信，其中很多都是赵浩亲笔所写，信上内容也都是唆使他们造反。” 而且赵毅和赵俊也承认，之所以造反，的确是受到赵浩的教唆。所以，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叛乱，但是比赵俊和赵毅他们更加可恨。赵信这时恨声道：“那些书信他已经亲自查看过，的确都是赵浩所写，绝不是冤枉他。可恨！”赵家听到这。 也是狠狠的瞪了赵浩一眼，同时也觉得赵浩比赵毅和赵俊更加可恨。可惜他是自己的长辈，就算是犯了罪，自己也不宜拿他怎么样。还是等日后父亲回来，把他交给父亲处置为好。想到这里，赵家冷哼一声，继续向前走。赵浩这时却还不死心的高声呼救。 可惜赵家和赵鑫都懒得再理他，而是向前又走了几步，终于来到两间相邻的牢房，这里也就是关押着赵毅和赵俊的地方。因为赵家的到来，登州监狱里早已是灯火通明，特别是关押赵毅和赵俊两人的牢房周围，更是点燃了无数火把。当赵家来到两间牢房外的时候，透过栅栏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两人的情形。 估计他们刚才都听到赵家和赵浩之间的谈话，所以也都知道是谁来了。只是这时两人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其中赵毅坐在床上看了赵家一眼，然后把脸深深的埋在双膝之间，似乎根本不敢与赵家对视。反观旁边房间的赵军，看到他时却是冷笑一声道：“没想到大哥来的还真是及时。” 恐怕用不了多久啊，就可以白捡了一个皇位了。可笑我们的空忙一场，却是为了别人做了嫁衣。闭嘴，赵俊，你这个混蛋，竟还有脸说这些？若不是你的话，陛下又怎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赵信听到赵俊的话，立刻愤怒的反驳道：“不过赵俊对赵信的话还没有任何反应，反而再次狂笑一声道：‘嘿，赵信，想必你现在肯定十分失望吧？本来赵俊若是死了，大哥没能及时赶回来，那么赵旭就只能在你和其他几个兄弟中挑选一个继承皇位。可是现在大哥回来了，那个皇位肯定就是他的。不过你也不要失望。’” 因为就算大哥没回来，你也没有任何机会，因为你和我旁边的赵毅都一样，母亲都不是汉人，所以你们注定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混蛋！赵鑫听到这，气的是七窍生烟。他本来对皇位没有任何想法，可是到了赵俊嘴里，他却变成了一个利欲熏心的小人，这让他如何不气呢？把门打开。 不过，也就在这时，忽然只听旁边的赵家开口吩咐道：“他竟然要把赵俊的牢门打开，可是牢房里的赵俊并没有被绑着，万一对方发疯的话，说不定还会有危险。”大哥，这赵信本想劝一劝赵家，但是赵家却又再次坚决的开口道：“开门。” 看到赵家的态度如此坚决，赵鑫有些无奈，只能吩咐监狱官员把钥匙给自己，然后亲自把门打开。这时,时间，只见赵家推开牢门走了进来。赵俊看到这，刚想开口，却没想到赵家快步上前，照着他就是一个大嘴巴。赵俊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当即被赵家这个嘴巴打得严严实实的。他本来就身体瘦弱。 赵家这次又是含怒出手，下手击中，结果把赵俊打的是身子向旁边踉跄几步，一头撞在一边的栅栏上才停下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左边脸已经肿了，嘴角流出一缕鲜血。赵俊挨了一巴掌，但是出人意料的没有生气，反而再次站起来，对赵家呵呵一笑，道：“大哥，这巴掌打的好狠呐、啊！记得当初父皇去世的时候。” 我与大哥他们都进入小学学习，二叔家几个堂兄老是欺负我们，结果每次都是大哥帮我们出头。有次我被二叔家大儿子打了一巴掌，结果你放学后带我们把对方截住，然后让我打他十巴掌。我还记得当时胆儿小不敢打，结果是大哥你替我打的，而且也像是今天这么狠。 你还有脸提小时候的事情？徐迪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弟弟啊，你却利用他的信任，为他吃下毒药。可惜徐迪还念在兄弟之情，不肯杀你，否则今天我就亲自宰了你们。赵家这时红着眼睛怒声道。 造反的原因，假仁假义而已。反正赵旭都要死了，这样做无非也就是为自己留一个不杀兄弟的美名。不过等到他死后，无论是大哥你还是三叔做皇帝，最后恐怕都不会放过我们。到时我们依然是难逃一死。赵旭还真是好算计啊！ 赵俊的话还没说完，旁边的赵信终于忍不住了，上去一脚就把他踹倒在地，然后扭头对赵家道：“大哥，别理这个疯子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无论什么事情到他嘴里都变成阴谋诡计，和这种人相处久了，自己也会变成疯子的。” 赵俊被赵信踹倒后，这次并没有再起来，反而躺在地上呵呵的直笑，牙齿上被鲜血染成红色，看起来的确带着几分疯狂的意味。这也让赵家忽然叹了口气，双眼怜悯的盯着赵俊道：“你真是个可怜之人呐、啊。”赵家说完之后，转身离开赵俊的牢房。 本来他还想问一下赵俊为什么要造反，可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用再问了，因为就像赵信说的那样，赵俊这家伙就是个疯子，根本不可能以常理来揣测。出了赵俊的牢房，当下赵家来到赵毅的牢房前，然后再次让赵信把门打开。可是赵信这次却是十分迟疑的道：“大哥，赵俊的牢房。” 打开也就罢了，可是赵毅的牢房就不必再打开了。他可是个武将啊，万一伤到人可就不好了。赵军是个病夫，手无缚鸡之力。 所以赵信才敢打开牢房，但是赵毅却是个武将，而且赵信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知道赵毅勇力过人，一般三五个壮汉根本进不了身。而且现在赵毅又身犯死罪，这种情况下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所以他才不敢轻易的打开牢门。赵家也明白赵信心中的想法，不过他却还是坚持道：“打开吧，我有些话。” 想和他当面谈一谈。看到大哥坚持，赵信只好无奈的打开牢门，然后赵家迈步进到牢房。只见这时赵毅依然保持着把头埋在双膝之间的姿势，只是当赵家靠近他时，才见到赵毅蜷缩成一团，身子微微一颤，但之后依然没有抬起头来。把头抬起来，赵家看着面前的赵毅，忽然开口道。 声音虽然低沉，但却像是压抑着无尽的怒火。虽然对方表现得好像十分可怜，可是他想到病床上赵旭的样子，心头的怒火不禁再次燃烧起来。相比赵俊，他与赵毅的关系更好，而且他也知道赵旭对赵毅这位大哥也十分尊重，否则也不会把封禅的事情安全交给赵毅处理。 可是他却辜负了赵旭的信任，利用自己身份发动了这场叛乱，这也让赵家最为伤心痛恨的地方。听到赵家的话，本来蜷缩成一团的赵毅，终于全身一颤，然后缓缓的抬起头来。相比几个月以前，现在的赵毅却是憔悴不堪，脸上的胡子也是乱糟糟的长成一团，双眼有些无神，看向赵家的目光十分飘忽，似乎是不敢与赵家对视。 看到赵毅的样子，赵家忽然感到怒不可遏，当即扬起手来，照对方脸上就是一巴掌。赵毅却是不闪不避，任由赵家的巴掌打在脸上，结果左脸立刻红肿一片。但赵家却还感觉不解气，特别是想到赵旭现在那副样子，更是让他愤怒无比，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打了下去。啪啪啪！啪 赵家咬牙切齿的打个不停，赵毅却是不闪不避的咬牙硬挺，丝毫没有躲闪的打算。不过后来，旁边的赵信实在看不下去了，急忙上前拉住赵家的手臂，劝道：“大哥，不要再打了，否则一哥道被你打死了。”听到赵信的劝说，赵家这才停下手，不过却还是十分愤怒的对赵毅大吼道：“为什么？” 旭帝可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对他下这样的毒手？赵毅这时整张脸都已经肿了起来，比刚才看起来胖了几圈不过对于赵家的质问，他却低下头以沉默来回答，这让赵家再次火起。当下不顾赵信的劝阻，上去就是对赵毅拳打脚踢，以此来发泄今天见到赵旭后的怒火。一开始。 赵毅不还手，不过后来被赵家打的实在无处可逃，而且他也是武将出身，骨子里有一股子血性，一直被动挨打不符合他的性格，所以最后终于开始还手。结果他与赵家两人最后厮打在一起。旁边的赵信本来还担心赵毅会对大哥不利，但后来发现自己根本拉不开，而赵家两人虽然拳拳到肉，但也并没有真的下死手，这也让赵信终于心中一松，索性也不再劝说。 而且还把原来保护赵家的护卫也赶走，任由赵家两人就这么在牢房里打个够。就这样，赵家两个一直打了将近半个时辰，最后终于都没了力气，结果两个人都瘫倒在牢房的茅草上，喘着粗气。只是这时，两个人全都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其中赵家还好一些，赵毅却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只见赵家一翻身坐起来，然后从怀中掏出一根拇指粗细的纸管，借着旁边的火把点燃，然后深深的吸了一口，并且吐出一股长长的青烟，脸上表情似乎也十分的享受。什么东西？这时赵毅也坐了起来，看着赵家喷出烟雾，终于第一次主动开口道：“烟草。” 从美洲带来的，要不要尝尝？赵家将烟叼在嘴上，眯着眼睛问道。虽然他对赵毅的恨意并没有消减，但这时怒火已经发泄的差不多了，所以是时候好好的谈谈了。给我一支。赵毅点了点头，道：“不过伸手接过赵家递来的烟草，点燃，学他的样子吸了一口。” 很快被呛得直咳嗽，不过等到吸了几口，慢慢适应之后，终于感觉放松了许多。说吧，到底因为什么要造反？赵家这时连吸了几口烟草，这才再次问道：“烟草这东西是他们在美洲见当地人吸食，于是也就慢慢学会了。” 而且，因为船上生活太过枯燥，烟草可以让人放松神经，对船员也有好处，所以很快就在整个环球舰队流行开来。这次他们回来，不但带了许多成品烟草，而且还有不少烟草的种子，准备种植。听到赵家再次问到这个问题，赵毅这次并没有再沉默，而是喷了几口烟雾，终于回答道：“还能因为什么呀？” 无非也就是我自己利欲熏心，再加上三弟和二叔他们的劝说，结果脑子一热就决定冒险造反，以为自己可以夺得皇位，然后做出一番事业来，却没想到搞成这副模样。就因为一个皇位，你就狠心对自己亲弟弟下手？ 赵家这时猛然转头，然后恶狠狠的盯着，再次质问道：“他最生气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也是刚才他殴打赵毅的主要原因。”听到赵家问起这件事，赵毅再次沉默许久，最后终于开口道：“争夺皇位哪次是不流血的？而且不管你信不信，这次造反，我与三弟是分工合作的，他负责找机会杀死五弟。” 然后由我带兵上山控制局面，至于他如何杀死武帝，我并不知情。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你这是自欺欺人！你知不知道，赵军给徐帝下了无解的剧毒，使得他这段时间一直受到毒药的折磨。 现在整个人直接瘦成了一把骨头。今天刚见到我时候就狂喷鲜血,血，连四叔对他身上的毒都束手无策。赵家这是再次愤怒的怒吼道：“相比赵家的愤怒，赵毅虽然脸上闪过几分愧疚，但是很快露出坚定的表情道：‘对于五弟，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了。如果有可能的话，下辈子。’” 让我做牛做马来还债吧。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情并不后悔，只可惜我们运气不好，否则今天应该由我为大哥成功归来，设下接风宴了。接风宴，我看是鸿门宴吧。若是让你们夺得了皇位，恐怕下一个就要对我们父子下手了吧。 赵家听到这里，冷哼一声：“赵毅他们若是争夺的皇位，那么对他们的威胁最大的人肯定是自己的父亲，所以到时他们很可能抓住自己，然后用欺骗或威胁的办法，让自己父亲来到大宋。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恐怕他们父子一个也别想活下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和三叔。” 赵毅这时却是大声开口道呵呵：“你没想过要伤害我们，可你就能保证赵俊这个疯子不会吗？而且你也太天真了。有时候形势发展到某一步，根本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这么做。到时候恐怕你也只会对我们说声对不起了吧。” 说的不错，若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下你们父子这么大的威胁在世上 <laughs>。就在赵家的话音刚落，旁边牢房里的赵俊听到他们的谈话，当即狂笑着大叫道：“把他嘴给我堵上！”听到旁边牢房赵俊的声音，赵家却感觉十分厌恶。 当下大声吩咐道：“结果，外面的护卫立刻冲进赵俊的牢房，三下五除二把赵俊给制服，然后撕他身上的囚服，就往他嘴里塞。不过，就算堵上嘴，赵俊依然冲着赵家这边呵呵直笑。看到了吧，赵俊就是个疯子。至于二伯，他早就对皇位垂涎无比，但却是个没胆量的人。可你却和这样的人一起造反。”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赵家这是在扭头对赵毅道。听到赵家这些话，赵毅平静的脸上终于起了一丝波澜。只见他忽然抬起头，盯着赵家道：“大哥，我知道你和三叔都是同一类人，在你们看来，皇位非但没有任何吸引力，反而还是个巨大的负担。当初父皇去世的时候，三叔明明可以坐上皇位，但他偏偏选择了放弃。” 可是三叔自己不在意皇位，但却不意味着其他人不在意皇位。当初父皇把太子人选交给三叔挑选，五个皇子中就属我年纪最长，平时也最为努力。我自问哪一方面表现的不比任何人差，可是三叔为什么偏偏选择年纪最小的赵旭？而且三叔舍弃我的理由，仅仅因为我母亲是党项人。 就因为这个，我就错失了皇位，所以我才十分的不服。赵毅这时终于把心里话吐露出来：，他明明是皇长子，历来皇位都是传长不传幼，可是因为母亲的原因，导致他与皇位无缘。这件事情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反叛。原来如此啊！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赵家听到这些，是一愣，然后目光复杂的盯着赵毅道：“对于赵毅造反的原因，他之前也有一些猜测，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现在赵毅终于亲口承认，这时赵毅却表现的十分激动。只见他脸色涨红的继续道：‘承认了又如何？大宋皇位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可惜却阴差阳错的落到赵旭头上。三叔全力帮他，让他几乎毫不费力的就取得巨大功绩。之前更是泰山封禅，可以说什么样的好事都让他赶上了。可是我呢？我却只能隐姓埋名的到军中去拼杀，几经生死，才混到个指挥使的位置。而且因为我的身份。 日后在军中提拔肯定会受到限制，可以说一辈子都别想有什么大作为。同样都是父皇的儿子，为什么我们的机却完全不一样？我不服，不服！说到最后，时，赵毅几乎是嘶哑着嗓子吼出来的，这两声不服也包含着他这些年的委屈。 毕竟，经同样都是赵旭的儿子，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弟弟在皇位上风光无限，自己却要靠双手辛苦打拼，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让他心生不平。看到赵毅愤怒的样子，赵岩却面露无奈之色，当下开口道：“你是看到了徐迪所上皇位风光的一面。” 可是你怎么没有看到旭帝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小小年纪被束缚在皇宫之中，每天要被逼着学习各种知识，连外出游玩都是一种奢望。甚至这次封禅还是他第一次离开京城。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laughs> 这些不过都是磨迹，只要能够坐上皇位。 得到万民景仰，区区一点自由根本不算什么。赵家的话音刚落，赵毅却是毫不在意的道：“也许在赵旭看来，自由与亲情比皇权更重要；但在赵毅看来，却是恰恰相反。若是皇位真的那么好，那我父亲为什么不去做呢？你觉得你比我父亲还要聪明吗？” 这时，赵家再次开口反驳道：“赵岩可是大宋公认的智者，所以赵家才把父亲拿出来做例子。只不过让赵家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话音刚落之时，却只见赵毅笑道：‘<笑>三叔当初可能是真不想做皇帝，但是我却知道，现在的他肯定已经后悔。’” 若是当初他去做了皇帝，那么也不必像现在这样被逼着跑到欧洲。别以为我不知道三叔让大哥你去欧洲的目的，无非就是想给越王府留条退路。可若是他当初做了皇帝，那还需要做这些呀、啊？你。 赵家听到这里，想要反驳，但一时间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因为当初他去欧洲的时候，父亲的确说过要为越王府留一条退路。只不过他可以肯定，父亲当初舍弃皇位，并没有任何的后悔。无话可说了吧？不过现在大哥，你和三叔不必再担心这个问题了。若是武帝去世了。 倒是你们父子，必将有一人登上皇位。这也彻底解决了你们越王府的隐患，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们还要感谢我。赵毅看到赵家无言以对，竟然露出得意的表情，道：“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想的歪理，竟然还想让我们越王府感谢你。” 你等我老爹他从欧洲回来，我看他会第一个砍了你。正在这时，忽然只听一直没有开口的赵信忽然说道：“其实他本是不想开口的，但是看到大哥被赵毅带到沟里，所以这才忍不住打断他们道：‘不错，这世上人和人之间，并不只是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另外还有亲情、友情等等，这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若是因为你自己的私利而抛弃了某些东西，那就有些舍本逐末了。赵家这时终于清醒过来的，道、哦：“他也是关心则乱，所以才会被赵毅带到沟里。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呢事情已经做了，再讨论这些呢也是于事无补。” 不过，若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三叔回来前杀了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再见三叔。这，也是我最后的请求了。赵毅有些破罐子破摔的说道，说到最后时，更是露出复杂的表情。 虽然他有些恨赵岩当初不选他做皇帝，但是作为赵岩学生和晚辈，他对赵岩十分的尊敬。现在他做了这么大的错事，自然是没脸再见赵岩。是二章，父子同命。赵家在登州监狱中一直待到半夜才离开，不过他与赵毅的谈话却还是以不欢而散而收场。 而回到住的地方之后，赵家几乎一晚上没睡，因为他根本就睡不着。等到第二天天还没亮，赵家就从床上跳起，然后跑去赵旭那里探望。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赵家本以为赵旭精神会好一些，可是当他见到赵旭的时候，却是再次心中一沉，因为仅仅一个晚上不见，赵旭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昨天还仅仅是白中发青，现在却已经是…… 白中带黑，整个脸色呈现出一种死灰色，猛然间看上去啊，就像是死人一般。不过，虽然脸色难看，但赵旭的精神却是不错。见到赵家来的时候，立刻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只是当他看到赵家脸上伤痕时，先是一愣，接着很快露出一个苦笑道：“大哥，你去牢里了。” 你说不要杀他，所以我去帮你揍他一顿。虽然我也受了点伤，但我敢保证，赵毅的伤比我重的多了。赵家没隐瞒，而是故作轻松的道：“打得好，我也早就想揍他们一顿出气了，可是身体一时没好，现在大哥总算替我出气了。” 赵旭听到这里也是大笑道：“一场谋逆，在他们口中就像兄弟间的玩笑一般。”正在说话之时，赵军来到这里为赵旭检查身体。等到号脉结束之后，赵军特意叮嘱了赵旭几句，然后亲自带着人去熬药。赵家这时也找机会跑去，然后悄悄的对赵军问道：“四叔，你实话告诉我。” 徐弟身体到底怎么样昨天赵家就想向赵军打听赵旭身体情况，只是当时赵旭急着见他，而赵军又说赵旭情况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所以这才没机会说清楚。不过今天看到赵旭的样子，这让赵家也更加担心起来，所以才特意的跑出来打听。听到赵家的询问，只见正在熬药的赵军却又是叹了口气。 然后扭头看了赵家一眼，道：“佳儿，你应该听你父亲说过你大伯去世前的情况吧？大伯去世前，我只知道大伯因为变法失败，心情郁结，结果得了重病而亡。这和旭帝有什么关系啊？”赵家听到这，先是一愣，然后有些不解的问道。 不错，你大伯当初得了重病，而且为了让你父亲有时间挑选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所以你大伯让我的老师直颅骨以一种特殊的针灸手法激发了他残存的生命力。这样做可以延长你大伯的生命，但是再次复发就再也没有药食可救了。说到这时间，赵军。 顿了下，接着又道：“现在陛下的情况几乎和你大伯一样，他身上的毒虽然排出一部分，但剩下的却依然在严重的损害着陛下的身体。我对此束手无策。而且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陛下恐怕在一个月内就会毒发身亡。可是当时你和你父亲都没有赶来，陛下根本放不下心。” 所以就让我用针灸激发他残存的生命力，这才坚持到现在。可是昨天剧毒再次发作，虽然救了回来，但陛下身体已经衰弱至极，随时、随时都可能、可能。赵军说到最后也哽咽起来，根本无法说下去。他也是赵旭的长辈。 当初他是亲眼看着少虚去世的，可是现在又要亲眼看着大哥的儿子死在自己的面前，而他却又束手无策。赵家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当听到赵军说赵旭随时可能会失去性命，整个人也一下呆立当场，好半天没能缓过来。赵军看到赵家的样子，当下再次叹息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家儿。” 你不要太伤心了，陛下对自己身体情况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之所以强撑到现在，就是等你和三哥回来，这样呢，他可以把后事交代了，然后放心的离开。四叔，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赵家这时终于清醒过来，当时也是眼角含泪，对赵军急切的问道：“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他也想要试一试。”不过让赵家绝望的是，赵军这时却是缓慢的摇了摇头：“若是有其他办法，我们也不会等到现在了。其实对于陛下来说，每多活一天，就要多承受一天的痛苦，也许早点解脱、啊。” 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赵军最后面的话就像一根尖刺似的，狠狠的扎到赵家的心里，这也让他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同时也觉得自己昨天打的太轻了，特别是下毒的赵军，真应该打断他手脚，让他也尝一尝痛苦的滋味。等到药煎好，赵家亲自给赵旭端去，然后为他服了。 过了片刻，药效发作，赵旭的脸色才不变得那么难看。但是这也让赵家更加伤心，因为他粗通药理，知道越是这样，越说明赵旭的身体完全是靠着药力支撑着，而且药效会越来越差，直到药效完全没有作用，赵旭恐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本来赵家是想让赵旭喝过药后休息。 但是恢复了几分精神的赵旭却不肯躺，反而拉着赵家让他陪自己说话。特别是昨天他们聊到环球航行的事，赵旭还没有听够。毕竟对于从小困于深宫之中的他来说，外面的世界对他具有无比的吸引力。看到赵旭渴望的眼神，赵家也实在不忍心拒绝，于是只能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 赵旭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儿，后来坐累了就躺下继续听，丝毫没有睡觉的意思。等到中午的时候，赵家留陪赵旭吃午饭，只是赵旭因为体内肠胃受到毒伤，现在只能进一些流食，而且数量还不能太多，只能喝拳头大小的一小碗，否则他胃根本受不了。这也是赵旭之所以如此瘦弱的原因。 看到进食艰难的赵旭，赵家感觉心中一酸，但是强忍着没有掉泪，免得把气氛搞得太伤感。等到午饭结束之后，赵旭让其他人都退下，然后忽然严肃的开口道：“大哥，我的身体情况，想必你也知道，所以有些事情必须得定下来。距离广州还有多远？” 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到达？赵岩站在甲板上，一边焦躁的走来走去，一边对船上的人问道：“经过一段时间紧张航行之后，赵岩的舰队绕过非洲，穿过印度洋与南洋，最后终于到达大宋的本土海域，而且面前就是广州。徐元与呼延平等人都在哪里？只要见到他们，应该就可以知道赵旭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启禀殿下。 我们已经到达广州外海，最快一个时辰就可以到达广州港。很好，吩咐舰队继续前进，争取早点到达广州。赵岩听到这点了，点头道：“其实他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广州去，不过他也知道舰队的将士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航行，早已经疲惫不堪，因此他也不忍心太过催促。”一个时辰以后，广州港果然出现在舰队前方。 因为赵岩他们船只全都是战舰，所以根本不像平民用船那样在港口排队，而是直接来到旁边的军港。广州城中的徐元与胡延平等人早就接到消息，这是已经在码头上等候。当赵岩的船只在泊位上停靠之后，他急匆匆的从船上跳下来，然后冲到徐元等人面前问道：“怎么回事啊？陛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来迎接的除了徐渊和胡延平之外，还有赵岩的大姐父王之约，以及他的大姐陈国长公主和二姐蜀国大长公主，可以说都不是外人，所以赵岩才会毫无顾忌的问出这个问题。不过徐安等人听到之后，却、就是彼此对视一眼，谁都没有开口，甚至两位长公主还暗自抹泪，这也让赵岩更加感到十分的不妙。三弟啊，这件事说来十分复杂。 咱们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到时我们再详谈这件事。最后，还是王世约第一个开口道：“他们都是大宋的顶层贵族，不但身份尊贵，同时手握大权，所以在赵旭出事后没多久，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经过。只是他们同时也知道赵岩与赵旭几乎是情同父子，所以自然也不敢轻易告诉他。不行，这件事已经在我脑子里折磨我一路了。” 所以我必须现在就知道。赵岩这是显得十分固执的道：“因为他心中已经有十分不祥的预感，所以急切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特别是赵旭现在的情况。”看到赵岩如此固执，王世约与徐元、呼延平三个彼此对视一眼，最后只见徐元站出来开口道：“三弟，这件事情陛下之所以没告诉你，主要还是怕你担心。不过现在都回来了，那告诉你也无妨。” 前段时间，陛下泰山封禅之时，有人趁机作乱，结果陛下受了重伤。什么？没等徐安的话说完，赵岩已经震惊的连退几步。赵旭虽然不是他的儿子，但是从小就跟着他长大，赵岩对他关注简直比自己亲儿子都要多，可以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其实与父子无异。现在猛然间听到赵旭受重伤的消息，这是赵岩的打击，可想而知。 呼延平与徐元急忙上前扶住赵岩，然后徐元急忙开口劝道：“三弟，陛下伤势虽重，但至少神志十分清醒。他正是怕你担心，所以才没敢告诉你实情。而且他还让人去南阳等候佳儿。就在一个月前，佳儿刚好回到南阳，于是火速赶往登州去见陛下。有了佳儿的帮助，现在朝廷局势已经稳固下来，所以你不要太过担心。” 雪儿，雪儿，现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徐元的话中虽然让赵岩不要担心，但却没有说赵旭的身体。对此，赵岩自然十分敏锐的发现，所以再次抓紧他手，追问道：“这个。”听到赵岩再次问起赵旭身体情况，徐元几个人都是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总不能说赵旭现在危在旦夕，那样还不知道赵岩能不能接受。从徐源他们的表情上，赵岩能猜到一些。当下只感觉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在码头，幸亏有徐源和呼延平扶着，这才好不容易站稳。不过随即他就大声对徐源道：“快，快帮我准备最快的蒸汽船，我要马上到登州去见徐儿。” 看到赵岩的样子，徐元等人是再次叹息一声。他们也知道这次根本劝不住，所以只能让人去准备船只。幸好这里是军港，徐元又掌管着这里的海军，所以很快准备几艘最快的船只。刚刚上岸的赵岩再次登上船，飞速的向登州驶去。不过两位大长公主不放心他，所以徐元和王世约也陪赵岩一起上了船。不过呼延平却留了下来。 毕竟，若是他都走了，广州这边的防务就没人处理了。另外，赵岩本来希望曹颖他们都留在广州的，到时自己的两个姐姐会照顾他们。可是，曹颖等人却担心赵岩会伤心过度，所以最后执意要和他一起去登州。结果，最后赵岩一家全都换了船，只留下那些从欧洲赶来疲惫的海军在广州港休整。夫君呐、啊，你吃东西睡一觉吧。 否则自己身体会吃不消的。几天之后的船上，曹颖一脸关切的对赵岩道：“自从离开广州后，赵岩几乎没怎么合过眼，吃饭的时候更是尝了几口就放下碗筷。如此几天下来，整个人一下子瘦了几圈，所以他今天特意做了点赵岩喜欢吃的小菜儿，希望他能多吃一点。”我吃不下。 你说赵毅和少谦这两个混蛋为什么要造反呢？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啊，说起来也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没有尽到责任。而且旭儿现在生死不知，要是真的有可万一的，我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大哥呀？赵岩先是摇头拒绝，然后又十分自责的说出一连串的话。怎么能怪夫君呢？ 圣人也不敢保证自己学生个个成才，更何况夫君的学生可比圣人多得多呀。而且距离陛下中毒都几个月了，陛下依然健在，说明毒性可以控制。说不定夫君到了登州，就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陛下了。但愿如此吧。赵岩再次叹息一声，同时目光看向遥远的北方，心中暗自祈祷。 希望赵旭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劫。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赶路，赵岩终于来到登州港外。当战舰靠近港口之时，赵岩也来到船头向岸上张望。等到船只靠近港口，可以看清码头上的情形时，赵岩却忽然面色惨白，整个人如遭重击的连退几步，因为只见码头上一片素白。 海里的船只与码头上的树木、车辆，全都挂着三尺白绫。一般只有帝王去世时，才会有这种全城带孝的情况出现。夫君，你，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大宋还需要你来支撑啊！曹颖这时急忙扶住赵岩，然后一脸悲痛的劝慰道：“虽然他平时与赵旭接触不多，但对方毕竟是自己晚辈，而且又是自己丈夫最看重的一个学生。” 可是现在却阴阳两隔，这让他不禁悲从中来。船上的徐元等人都露出震惊与悲伤的神色。等到船只进入港口，只见赵家率领着人正在码头等候。等到船只在码头停稳之后，船上的赵岩虽然已经猜到事情的真相，但这时依然有些不甘死心的急步下船，来到赵家面前，大声问道：“雪儿呢？” 父亲，许弟，许弟，他在两天前就驾崩了。只见赵家这时也是泪流满面的开口道：“他这时其实很想扑到赵岩怀里哭一场。” 可是现在他身份已经大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本来还残存着一丝奢望的赵岩，听到儿子的回答，脑子里立刻嗡嗡的一声响，紧接着是感觉眼前一黑，然后整个天地都开始旋转起来，随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谁也没想到，赵岩在听到赵旭驾崩的消息时，竟会一下子晕倒。 当下码头上与船上的人都乱成一团，幸好徐岩等人还比较冷静，立刻让人把赵岩抬到登州城诊治。结果当御医为赵岩号脉之后，告诉众人，赵岩只是因为这段时间饮食睡眠不足，再加上悲痛过度，这才晕倒。等到醒过来后，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这才让所有人放下心来。等到赵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 赵家等人全都坐在他床前。当看到他清醒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松了口气。不过赵岩想到之前赵旭去世的消息，却是闭上眼睛，长叹一声，眼角已有眼泪划过。随后让其他人先出去，只剩下赵家一个。然后这才用颤抖的声音开口道：“家儿，旭儿去,去世的时候是否安详？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 父亲，徐迪去世时很想再见您一面，可惜却没能坚持到您回来，这也是他最大的遗憾了。不过除此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遗憾，所以徐迪走的还算安详。赵家声音沉重的回答道，眼泪也再一次涌了出来。赵旭去世的时候，他就坐在他身边。 只是整整两天过去，他却还是有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听到赵家的这些话，赵岩也同样泪流满面。不过很快，他一脸恼火的问道：“赵俊和赵毅这两个混蛋呢、啊？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来，我亲手宰了他们。”这个。 听到父亲问起赵俊和赵毅的事情，赵家这时显得十分为难。过了片刻，这才开口道：“父亲，旭弟在去世之前，一直不同意将赵毅他们正法，因为他觉得对方始终是自己的兄长。虽然他们可以不仁，但自己却不能不义，所以。” 大结局不行。旭儿什么都好，就是在亲情方面太过放不下，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赵毅等人犯上作乱，罪无可赦，必须明正典刑才行，绝不能因一时之而放过他们，否则日后岂不会让更多的人造反？赵岩是个公私分明的人。 而且这时他正在气头上，无论如何也不肯放过赵毅和赵俊兄弟二人，甚至连参与到其中这次叛乱的二哥赵浩，赵爷也十分痛恨。所以这次他是真的起了杀心。看到父亲执意要杀赵毅等人，赵岩这时却是苦笑一声，当下再次开口解释道：“父亲，还是徐弟了解您，他知道您回来之后肯定不会放过赵毅他们，所以。” 在此之前就已经将这几个人的罪名给定下了，您现在想改，恐怕也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谋反本来就是死罪，若是旭儿判他们无罪的话，难道就这么轻轻的放过他们？赵岩却还是有些不依不饶的道：“一般来说，他轻易不愿意杀人。” 除了当年的阿古打父子外，他几乎没怎么杀过人。可是现在却恨不得亲自宰了赵毅他们。毕竟正是他们这些人害死了他视若亲子的赵旭，这种丧子之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这父亲呐、啊，恐怕您很难再给赵毅他们判罪了，因为旭帝之前给他们定下的是流放之刑。 而且流放的地方只有徐迪自己知道。现在赵毅他们已经被人押送着离开了，具体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说到最后，赵家双手一摊，露出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这也是赵旭为了保全两位兄长性命的最后手段。反正只要把赵毅他们流放远远的，让赵岩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们，如此一来，赵毅他们自然也就安全了。 什么？你真不知道赵毅他们被流放到哪里了？赵岩先是一愣，不过紧接着他又有些怀疑的对赵家道：“真不知道这件事是徐帝一手安排的，人也是他挑的。不过肯定不在大宋本土，甚至可能离大宋特别远。”赵家再次解释道：“不过这次他撒了谎，其实他知道赵毅等人的流放地。不过他答应过赵旭。” 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父亲。看到儿子无辜的表情，赵岩却还是有些不信。不过很快，赵家又开口道：“父亲，我知道您很生气，可是旭弟是大伯的儿子，赵毅和赵军他们同样都是大伯的儿子。若您真的亲手杀了他们，就算他们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您心里就真的好受吗？” 赵岩最后还是没能问出赵毅与赵军等人的下落，不过赵家的话却也说到了他的心里。毕竟无论手心手背都是肉，赵毅他们再怎么不是，那也是他的亲侄子。从血缘上来说，他们其实和赵旭一样。别看赵岩在得知赵旭去世时喊打喊杀，但若是真把赵毅两个人绑到他面前，最后他也下不了手。赵旭在去世之前将皇位传给了赵家。 虽然赵家只是赵旭的堂兄，相比之下似乎不如赵旭的亲兄弟更适合继承皇位，但是赵岩在大宋的威望却是无人能及。当时赵旭去世的时候，就有不少人希望赵岩登上皇位，可是他却拒绝了。现在赵旭意外身死，所以由赵岩的儿子继承皇位也是顺理成章。更何况还是赵旭临终遗言，哪怕是最挑剔的大臣也没理由反对。 赵家对皇位的态度，深受父亲赵岩的影响。从内心来讲，他并不怎么愿意让皇位束缚住自己手脚。可惜在赵旭临终所托之下，他也不得不扛起大宋的重担。而且在赵旭意外身死的情况下，能够稳定大宋局面的，除了他之外，也就只有他父亲赵岩了。可是他知道，父亲肯定不愿意做皇位，否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做了。身为人子。 自然要为父分忧，更何况赵旭去世时父亲也不在，因此皇位只能落在他的身上。对于赵家做皇帝这件事情，赵岩刚开始并没有怎么在意，因为在到达登州之后，他整个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特别是后来见到赵旭棺椁的时候，更是独自一人在棺椁前痛哭一场。 本来赵岩之前在路上就因为担心而吃不下、睡不着，身体情况已经十分的糟糕。现在又悲痛过度，结果第二天就病倒了。幸好赵军在这里亲自帮赵岩诊治并调理，不过就算是这样，赵岩也休整了将近两个月才恢复。而这时已经到了赵旭安葬的日期了，按照帝王的葬礼，赵旭守灵期限已经快满三个月了。 而且登州毕竟不是京城，所以还要运到京城去做葬礼的准备。所以现在赵岩的病情刚刚恢复，他就立刻着手开始准备赵旭的葬礼。至于赵家，则在前段时间提前回到京城，毕竟他已经是大宋的皇帝。 之前因为特殊情况，所以在一些众臣的见证下，在登州匆匆登基。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不能总是待在登州，毕竟京城那边还有一摊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所以这才不得不离开。动用了一辆火车，将赵旭的棺椁送回京城，刚好是三个月期满。于是，在赵岩的主持下，为赵旭举行盛大的国葬。 这已经是赵岩第三次为帝王举办葬礼了，前两次分别是他的父亲和兄长，而这次却是他的侄子。只是相比之下，这次他比前两次更加悲伤，毕竟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加让人悲痛的事情葬礼过后。 赵岩帮助赵家稳定大宋国内局势，等到大宋各方面再次走上正轨之后，他就放下一切俗务，专心待在家里陪伴妻子，顺便也教育一下越来越多的孙子孙女。特别是赵旭留下的两个公主，更是被赵岩当成亲孙女来照顾。这样的日子过得平静而悠闲，只是偶尔想到早逝的赵旭时，依然还是忍不住有些伤感。 三十年的时光是一晃而过，大宋帝国在赵家的率领下越来越强大。南洋已经彻底的成为大宋的后花园，澳洲那里已经划分成不少的州府，印度洋海域同样被纳入大宋的统治范围。不过，大宋的统治主要集中在海上，另外还占据了天竺与非洲的沿海地区。至于内陆地区，因为反抗势力太强大，大宋占据那里代价太大，而且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毕竟大宋的国土实在太大了，大宋的行政机构也扩张到了极限，实在无力再统治其他领土。另外，美洲航线被赵家发现之后，不少宋人开始涌入美洲，因为那里发现不少的金矿，而且美洲丰富的物产也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比如，到达美洲的宋人只需要缴纳一笔很小的费用，就可以得到一块巨大的土地，而且土地上一切产出都属于个人所有。 比如说这块土地上发现金矿，那么整个金矿就属于土地的主人。不过这个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若是土地主人想要开采金矿的话，就要按照出产的金矿数量，缴纳一笔不小的税收。也正是黄金与土地的吸引，使得宋人很快在美洲占据了居住点，然后开始迅速向外扩张。期间与美洲当地土人虽然发生一些冲突，不过大宋这边对土人没有抱太大的恶意。 而土人也对相貌相近的宋人比较友善，所以双方都比较克制。有了矛盾呢，也可以坐下来商谈。有时，大宋也会帮助这些土人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双方相处还是十分愉快的。至于宋人到来占据一些土地这件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美洲太广阔了，而土人的总人口估计有一两个亿，分布在两大洲上，实在少得可怜。 所以，大宋占据那点土地根本不算什么，更何况宋人到来还帮他们解决了很多的困难，比如医疗、食物、衣服等等，他们都可以用一些货物向大宋换取。不过，也正是美洲的广阔，使得大宋对这里的开发进度十分缓慢。按照大宋朝廷的估计，想完成对两大美洲的开发，估计要花费两三百年的时间。 当然，若是日后科技水平有所提高，并且宋人数量快速增长的话，这个开发进度可能会加快许多。除了海外扩张外，大宋本土依然向外扩张。在灭掉辽国和金国之后，大宋能够扩张的方向也只剩下西方，也就是宋人俗称的西域。只是大宋之前的扩张已经快要与塞尔柱帝国接壤。 所以才暂时停了下来。不过，随着大宋统治的稳固以及实力的飞涨，使得对西域的扩张再次提上日程。大宋的军队开始一点点的蚕食塞尔柱帝国的领土。对于大宋的西进，塞尔柱帝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所以，他们在赵家登基之后的第十八年时，开始组织军队东征，希望可以把大宋军队赶出西域。不过，宋军的实力远超他们想象。 塞尔柱帝国几次东升都是一败涂地，最后只能收缩防线，对大宋的进逼一退再退。正所谓祸不单行，东罗马帝国在得知塞尔柱帝国在大宋手中吃了亏之后。 也开始了对塞尔柱帝国的夹击，这时的东罗马帝国正处于一个国力的小高峰，对塞尔柱帝国的打击十分给力。结果在双方的打击下，塞尔柱帝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再加上他们国内矛盾，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到分裂之中，最后只剩下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 赵家离开之后，阿格尼斯就将皇位传给了他和赵家的儿子赵华。不过赵华因为年纪太小，所以一直跟在赵岩身边学习。赶到十八岁成年之后，这才回到神圣罗马帝国实际掌权。赵华也继承了他父亲和祖父的才能，掌权之后开始实现统一欧洲的计划。 对欧洲各国发动了一轮又一轮战争，逐步吞并其他王国，扩张帝国领土。最后，他足足用了将近二十年，才终于统一了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并入大宋，也不是大宋的附属，而是一个独立的帝国。不过，双方交流却十分频繁。 少华也一向视自己为汉人，所以他为了稳定自己统治，特意从大宋引进不少人才进入帝国的行政机构，再加上民间交流，使得更多宋人进入欧洲，其中有不少人更是在欧洲定居，这也更加稳定了少华的统治。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宋人的涌入，再加上。 赵华本身就是宋人，所以欧洲上层对大宋一切都十分追捧，甚至欧洲贵族还兴起穿汉服、说汉语的风气。有些人更是走通各种门路，把自己家孩子送到大宋学习，这也更加加深了大宋文明在欧洲的传播。相信随着这种交流的持续，以后欧洲将会成为第二个大宋。对于大宋各方面发展情况，赵岩一般不怎么关心。 除非是遇到特别重要的问题，赵家才会特意跑回越王府向父亲请教。赵岩则根据情况给出一些自己的建议。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让赵岩从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须发洁白的老者。不过，赵岩平时精神很好。当初跟在他身边的孙子孙女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接着又是一个个的重孙重孙女送回来。 有这么多孩子陪着，赵岩也从来不会感到寂寞。这天早上，赵岩还没起床就被外面的一阵喧闹声吵醒。当下，他在侍女的服侍下穿好衣服，然后走出卧室。结果，只见同样白发苍苍的曹颖正站在卧室不远的一个小池塘边。池塘中还有不少下人正在干活。于是，赵岩就过去问道：“夫人呐、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觉醒了，这次回来呀，我看到池塘都快淤塞了，一下雨满院子都是污水，所以想让人疏通一下。曹颖这时也笑着开口道：“虽然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不少的痕迹，但是在赵岩的眼中，满头银发的他依然还是当初的那个将门第一美女。”哎呀，不过是暂时住几天。 还费这个力气做什么？赵岩则有些不在意的道：“前段时间城东的越王府改建，不但要修缮一些老宅，而且还要新添不少建筑，暂时无法住人，所以赵岩一家就搬到这所老越王府来。当初他与曹颖就是在这里成亲的。刚才的卧室还是他们的新房，不过两人的初见并不怎么愉快。这座老越王府啊。” 可是咱们成亲的地方，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荒废，该打理的地方，一定要打理的。曹颖却还是一副持家夫人的姿态道：“哪怕整个大宋都已经是他儿子的，但他却从来不会因此而忽视自己的任何一处产业，更何况这座老宅对他们还有着特殊的意义。”随你的意。 只要你高兴就好。赵岩听到这里，则是不在意的笑了笑。不过，也就在赵岩话音刚落，忽然听到池塘中干活的下人一阵喧哗，这也吸引了赵岩与曹颖的目光。结果只见那些下人围拢在一起，其中一个下人手中拿着什么东西，上面还有不少的污泥，看样子是从池塘里找到的。王爷，小人从池塘里发现一把剑。 只见那个下人飞快的跑上来，然后举着手中的物品禀报道。只见他手中的确是一把宝剑，虽然上面有不少的污泥，但剑鞘与剑柄处竟然镶嵌着宝石，一看就知道是十分贵重之物，所以他才急忙上报。哎，这这把剑，曹颖看到这把剑时却表现十分激动。只见他也顾不得剑身很脏，伸手把剑抓在手中。 然后按住崩簧，苍狼一声拔出宝剑，只见剑身如水，竟然没有丝毫的锈迹。好剑呐！这不会是家里哪个淘气鬼不小心掉到池塘里的吧？赵岩看到这把剑光亮如新，不像是在水中浸泡太久的样子，所以在猜测是全家搬到这里之后，家里的某个重孙不小心把佩剑掉到池塘里。 不过，让赵岩万万没想到的是，只见曹颖却一脸愕然抬起头，然后身边的下人都退下之后，这才轻声对他说道：“夫君，这把剑呐，是我扔到池塘底的。”哦，我我怎么不记得你有这样的宝剑呢？夫君，你当初没见过这把宝剑。 因为这把剑是在几十年前我们成亲那晚被我扔到池塘里的。曹颖再次开口道，脸上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这把剑在池塘中泡了几十年，却是光亮如新，就像昨天刚扔进水中似的。这简直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什么？赵岩听到这，同样露出震惊的表情，因为他也想到同样的问题。 不过他却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当下抓过宝剑，反复看了几遍，却依然没有找到半点锈迹，甚至连丝质的剑穗都没有腐坏，就好像这把宝剑在时间的长河里被冰封了一般，找不到任何时间往下的痕迹。看到赵岩震惊的表情，曹颖再次不可思议的解释道：“夫君，你也知道，当初我很不情愿嫁给你。” 为此，我甚至想过以死明志，所以随身带着这把剑，可是又担心因此而祸及家人，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并且将这把剑扔到池塘之中。却没想到几十年过去，这把剑竟然还崭新如初。赵岩听到这里，也是更加的惊讶。 原来这把剑是自己穿越那天被曹颖扔到池塘中的。说起来，自己穿越的事情充满了未解之谜。自己穿越千年来到大宋，而这把宝剑在水中几十年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在冥冥之中是否也有着一些奇特的联系？时间的本质又是什么？自己已经改变的历史，那么后世的历史还会存在吗？ 一连串的问题涌入赵岩的脑海，每一个问题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有答案，但却让这些问题更加的有吸引力。脑子里想着这些，赵岩也渐渐的有些痴了，看向远方的目光也迷离起来。 贤王并非贤王，赵岩穿越成为北宋英宗的第三子，本来声名狼藉的他也没什么争名夺利的心思，一心想要做一个清闲王爷，喝着小酒，品着美食，身边再有几个美女相伴，就更完美了。但是作为一个后世人，赵岩的言谈举止。 在古代人中，就像是夜晚的探照灯一样，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无论是他穿越时代的各种物品，还是他自身的才能，都让赵岩在不经意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同时也在慢慢的改变着宋辽夏三国之间的局势。 当多年后，宋人再回头时，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已经被赵炎这位闲散王爷带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欢迎收听由罐罐播讲的《北宋贤王》，作者北冥老鱼。 由懒人听书优质出品。